七亿七千七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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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安安十七个月了，今天总算有时间看台了。今天有时间看台了。水哦。哎，感谢弹钓番茄，谢谢我们的小纯，这个纯嘛，没错吧？ 因为今天看完房间才可以合马吗？我跟你讲，看完房间大概就没时间。馬娘剧场版真好看，O P C W。没跟你开玩笑。Right、我还没去看呢，啊，好好烦，好想看，好想看，好烦，好哦，最最近比较忙啊。最近你看我，嗯、像我今天还回那个，今天还回外婆家，然后帮外公过父亲节。 九十五岁，嗯，哦、外公九十五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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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今天看完《钢弹》C 的，很赞，可是美术不行。哎，怎么说？怎么说？《钢弹》e d 剧场版吗？还是还是什么？还是一般的那个？ 电视剧帮助 CIA 哦，你都玩到还有 CIA 了，好夸张啊！对啊，玩到都跑出 CIA 来了啊！看习惯双唇还不错，什么意思？有近八千人一样，呃，八千人以上的外孙媳妇，听你在那边。 天，你在那边？Hello，你、欸、上次看到哪里来的、啊？我记得好像看到那个 LED 炫炮房嘛，对不对？好像看到 LED 炫炮房。看到 LED 炫炮房。剧 <music> 场版哦，哦，那会买版权。哦、跟老皮大大报告，DC 粉丝创作。 老批宇宙正在蓬勃发展中，O P C G Y O P C G Y。我有看到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花疯哦、喔！这些人真的花疯、欸，四十个月了，没有跟你开玩笑，这些人真的有点疯。这三小，这三小。 这又是三小这个干什么？靠背哦。这又是三小 n i c e 哒哒哒哒哒哒哒。托尼斯塔克，我靠，是这样？耶稣基督哦，金刚狼。 有点怪，雷神索尔，what？哎哎哎，这过分了吧？这样过分了吧？靠呗！哦，你们这些人，头壳撞到这三小啦，这三小啦，这又是三小，靠呗！ 这又是什么赌博模式路哦？领导哎呀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啊！我如果戴眼镜就变这个样子。哈哈哈！哈我这有一张瑞士银行的本票，这搞笑，什么东西啦？

师爷，您给我翻译翻译。翻译 <laughs> 什么鬼？什么叫惊喜？就是我订阅达到四十九个月了。哎，感谢闪闪惹人厌，感谢。原来我的戏路这么广，谢谢谢,谢翻。翻译翻译。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什么都能演，嗯，哈哈哈，发哥。 这个是三角，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像六碳呢？看起来有点像六碳、欸，说实在的。哦、嗯，什么时候要玩模拟市民啊、哦？模拟市民的话，下个礼拜一吧，下礼拜一吧。对啊。请问现在的皮皮的多重宇宙吗？是，是。好，等我一下啊，我先找一下上次看到哪里。皮粉的创意大于和老师粉丝的创意。<laughs> 何老师粉丝也是很厉害，好不好？公三小，这回就是何老师粉丝里面那些做图的，啊，不就是刚才 DC 做图的那些人，是有差你哦、喔，啊，是有差你哦、喔，啊、不是同一群人，同一群人。OK，果然年收入破亿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晚上好啊，我看一下，我要设一个关键标。 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到底到底怎么弄啊？不知道今天看都看不完呢、欸。皮蒂皮蒂不知道，皮弟不知道等下会不会出现？有差女装比例差异很大。有差女装啊？这里 OK。哦，耳声说这边。 他到家了吗？到家了，到家了，但是就，但是就很累啊，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出门了，今天非常非常早就出门，然后呃，基本上沿途都没睡嘛，然后一路弄到到家都已经三四点，所以其实我也就睡几个小时就起来开台了，还蛮累。这是我房间吗？不是啦，这不是我房间啦，这个是桃园皮粉桃园皮粉。呃桃 苗栗很远吗？还行，但就是因为回来的时候有稍微塞点车啊，嗯，回来有稍微塞点车。皮弟开，我开啊，皮弟开啊，这次是皮弟开。哎、欸，感谢谢谢我们的零三零七。老晚上好 o p c do I c o c o o p c do I c o c o 感谢婷婷，会不会累？感谢，谢谢我们的脆皮年糕，感谢。台山是个好选择、哦。老大晚上好，<coughs> 晚上好。 在苗栗裕达吃早餐，我们今天有经过裕达裕达科技大学城，嗯、然后经过门口，然后看到有一个那个学生骑着重机，我说哇，大学生骑重机太神了吧，然后就从那个门口那边喷出来这样。老大今天出国苗栗国觉得好玩吗？苗栗国好玩吗？很热啊，苗栗国蛮热的，因为主要苗苗栗国。 今天天气不错嘛，所以然后、啊、新竹跟桃园的话呢，空气不是很好，可是苗栗空气很好。对，因为新竹的话，呃，今天是经过新竹的时候，天空雾雾的，就是有点灰灰灰蒙蒙的那种。现在是共审环节吗？没有啦，今天今天是来看那个啦，来看观众的粉第一届这个观众房间鉴赏大会。 啊，然后今天看完了，那下一届就下次请早了，好吧？下一届下次请早。我们今天只看到八十差不多吧？有，我有设八十的警戒线。对，反正就是我们看到八十就差不多，不然的话，这样真的看不完啊。嗯，因为有一些人正在投稿嘛，然、啊、后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个，如果再这样看下去，我看我们可以看看整个月都看不完，嗯，很可怕的。感谢 boss 的鬼，对呀、啊。 因为在增加哦，对啊，我看完了又增加，看完又增加，真的是很可怕。他怎么进我 DC 哦？呃，今天要 DC 就有了。嗯、呃，皮力可能在睡觉了，他、啊、今天开车也蛮累的。好、啊，那我们我喝个水，然后我们就准备来开始了，好吧？嗯嗯，二选一吗？没有二选一啦，怎么可能二选一？ 不过好玩的是，我们本来是要以某个蓝本来盖房子，结果游戏暂时没玩了。可是我们房子还没看完。嗯、w w w 确实哎、欸，西巴河马今天有吗？没有，今天应该还是会先以就是这个看完吧，然后可能礼拜一会继续西巴河马啊，西巴河马。啊八馬好，来看第一个观众，好吧？来看第一个观众，然后。 这个观众是桃园皮粉，他说他刚搬到这边两年了啊,啊，刚搬到这边两年多，然后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明朝，是不是明朝？哎呦，还、哎、有可爱的贴纸呢，哈，六十九式，哎呦，抓到了，抓到了，哦、啊，抓到了，而、啊、华鼠店是不是应该在购入另外一个华鼠店？ 应该在购入另外一个滑鼠垫，皮皮子滑鼠垫。他这其实滑鼠垫有好几个、欸，这边还有一个滑鼠垫，这个不是什么什么喵的吗？信信喵之野望吗？这我也不太清楚。而且这个超级猛诶、欸，他直接拿一个茶壶在旁边诶、欸。你们有谁也是家里面旁边放个大茶壶，然后这样、啊？我也我也会。啊、你也会啊、喔？啊，你会泡茶的對,对？有啊，刚喝完而已。啊、这么猛你、欸、感谢月亮写订阅，对啊，有点这个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啊，经典这种机，啊，为什么旁边放个印表机啊？对啊，旁边放印表机，所以他原本不是桃园人啦，他是说他明年还要搬家，然后他的椅子做爆，所以他这个椅子是因为椅子坏掉了，所以才就是拿这个椅子来用，对啊，哦，还是还是用模型，不过看看得出来，可能是来桃园读书還，还是还是干嘛的吧，对啊，因为这个這感觉就像是套房吗？我也不太清楚，感觉有点像套房，所以他就是只有拿一点东西而已。 哇靠，老哥，您的兴趣真特别啊！这个钢弹也能这么玩？嗯，我是知道有些钢弹会摆一些，啊，不是，有一些模型会摆一些这种性感 pose，那连钢弹都摆出这种 pose，嗯，这个不得了了，嗯、不得了了，还有煮到一半的，嗯，看来他的时间也是很赶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什么东西啦？不要乱露出啊！对啊，看起来这个比较像是那个哎、欸、套房吧。 是吧？这比较像套房，可以评论你的房间吗？哎，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投稿截止了，我们今天只看八十个，不然我真的看不完。好，然后下一个是嘉义的观众，哎 a 大嘉义皮粉，他说原本的房间是杂物间，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哦，看一下，哦哟，哦，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家人清出来的房间呐、啊。 去那里投稿，下次，下次，下次啊！第一届结束了，第一届，第一届投稿结束了，啊、所以他这个原本是杂物间哦，杂物间就那么大间，也很爽哎、欸。看这个房间其实不小哎、欸，这房间其实不小哎、欸，对吧？哦，哎、欸，这个生活很有情调，看，懂了用这个脚踏，因为我,我其实我有看很多房间，可是我发现好像大家都不喜不太喜欢脚踏垫因为像我自己会在下面铺一个地毯，铺一个啊、呃，给脚。 铺在上面的那种地毯，然后冬天的时候也是不错啊，夏天也是很舒服啦。啊，除非真的太太热，太热就会那个会脏掉，就、呃、洗就好了，洗不就好了？可以洗啊，你就几个地毯这样子换呢、啊，对不对？对啊，会放凳子避免翘脚，嗯，对啊，可以放个凳子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那放个凳子就不会翘脚。这这什么模型啊？那好好眼熟哦，这个，不知道苦一个石头还是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在上面？祥瑞地板就不会脏吗？其实还行啦、啊哦。好热哦！看我冷气完全不冷、欸、哦，五等份的，这是没错了吧？是五等份的花架，是不是？六六碳，<笑>,笑死啊！一一二三四五，啊，这边这边多一个，啊，这边多一个，七，嗯、哦。 小东西蛮多的，不过看得出来这个摆摆饰还是蛮干净的啦。哎、嗯，这也是蛮干净，的，虽然东西多了一点，但不杂乱啊。为什么每个人这边都要放这个指甲剪啊？大家都喜欢放指甲剪哎、欸，对啊。虽然我也会放，但是我不会这样放旁边，而且還开开的，感觉超危险，不然夹到肉之类的。我就觉得有点尖锐恐惧症，所以我那指甲剪用完，我一定把它合起来，然后。 把它放到边边，怕手不然割到什么的。剪指甲合理哦，啊，剪完就拿拿去放好啊，对不对？哦，发票桶，哎、欸，这不错，哎、欸，拿这个没有用过的手摇，哎是,是马克杯手摇杯，我来放发票？哎、欸，我之前常看到有人会这样弄，对吧、啊？这个这样这样很聪明，就很方便啊。然后每次要对发票，直接倒出来就好了，嗯，而且不会乱，嗯，还不错。他的床就啊，为什么床上面会有一堆塑胶？ 啊，床上为什么要有这个塑胶？长条塑胶是来干嘛的？不会不舒服吗？手摸到手睡觉睡到一半手摸到塑胶应该很不舒服吧？而且还有这个皮带，感觉应该是有玩一些特殊的东西，嗯，啊、为什么大豆这个鲨鱼啊？我靠，每个都有每个都有鲨鱼，怕弄脏了、哦。哇塞，这个收藏很棒啊、哦！这个收藏很棒啊、哦，不错哦，美拜哦。 哦，美败美败，大，可是把它放那么高，大概就是因为会被怕被看到。哎，没有，他放低的也哇。可是你家人看到这个，他不会讲什么吗？其实我說我蛮好奇的。家人看到这个，他们不会说什么。哦，哎、欸，哦，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什么类型。他喜欢就是大的，而且这个为什么要背对？你有发现吗？这个为什么背对？是因为不能露出，所以他在拍照的时候把它往回转。 高杯，这个我之前有在 F B 上看到广告了，虽然我是我是没有去买，不过这个真的有点超高，还好没有露出。上面是正常区，嗯，还有看那个电影的送的那个杯子啊。他很喜欢兔女郎诶、欸，我看兔女郎就已经有四个五个了。哦，底下该不会有兔女郎吧？哦，抓到了兔兔女郎爱好者。 没败哦，没败哦，一百分一百分，分哦、加一笔他说他买了很多 PVC 啊，PVC，但买太多了，所以就往把它往上叠，还行还行。好，来看一下。然后这个观众靠背，你投稿就投稿，你写小说哦。他，你知道他这个超级长了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投稿，然后嗯嗯嗯。嗯呵呵 嗯，你看别人,人的，看别人的，看别人的，一二三四五，五句话，一句话，两句话，两句话，两句话，靠，要你写那么多，太多了啦，写小说都五千字心得啊、哦，没关系，我就我总结一下，不然聊天室很多人都不看字的，对啊，啊、哦，他是那个搬到新庄，他就应该是今年才搬到新庄，所以其他搬到新庄应该也没多久了。 嗯、然后他说，跟家中长辈三代同堂啊、嗯，简单来讲就是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就是有那个法晋年代的那个年纪啊。后面都真的写小说了，对吧、啊？太多了啦，我靠，是三三三小，我看过有有一个的，我没看过两个的。嗯、这个也是很 special，这个 special 的啊，嗯、啊，这个小人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星星吗？好像是星星，对、啊，它都升降桌、欸，哎，还蛮不错的。对，然后他说。 房间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小孩跟老婆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啊，所以我想说怎么會有一些小东西，这个他自己的啦，那有些是老婆跟小孩的东西，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呃杂一点点。哦，还有广角，哇，哎、欸，很贴心呢、欸，很贴心，还有广角系统哦，哇，这个直接这个全景，它是应该是全景拍摄吧？哦，太太的。 哑铃太坦怎么可能？真的假的啦，对吧、啊？他说就小孩经常会跑到这边啊，然后呃照片还有还有照片是不是？我没看到照片照片在哪里？嗯，是我看错吗？没有啊，没看到啊，有照片？他说照片因为没有露脸关系，这边照片婚纱照婚纱照怕小孩玩东西，所以都东西放在高处。奇怪，我是看错吗？ 我没看到照片啊，高腰是不是要少放照片啊？我看一下。对啊，我真的没看到什么婚纱照啥的、啊。哎、欸，什么东西？高腰闹鬼哦、啊！啊，有啦有啦啊啊哦、啊啊啊，我看到了这边这边有啦有啦有啦有，错错怪他错怪他了啊！所以底下这边是小朋友玩的啦。哦、嗯，他说有些这种小东西怕小怕怕小小孩应该年纪还不大，他说怕小孩会去弄啦，所以把它放到那上面。 垃圾桶放上面，哎、欸，垃圾桶放在上面，哪里呀、啊？垃圾桶放上面，你说什么？垃圾桶放在高处，垃圾桶放高处。看，我们现在是玩大家来找茬，是不是？这个人投稿，大家来找茬，他要写很多东西，然后但是说什么怕小孩去玩，所以他把垃圾桶放在高处，找不到垃圾桶，哭啊、哦！找不到垃圾桶啊，在哪里呀、啊？ 哦、啊，他很多这种书籍哦，还要补照片的、啊、哦，还有他补照哦，之后啦，之后补照片。哦 OK，哦，他看蛮多书籍的，嗯，也看来是一个很很喜欢读书的人，嗯、啊，这些书籍都不是说那种小说啥的，就是很多人啊，心心灵什么心灵什么，这个只有这個、有点糊，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些是呃自传呐、啊，啊，像那个贝佐斯传嘛。 然后有一些应该是，反正是人物传记什么的，原则，很多心灵励志书籍，嗯，对啊，懂得怎么样去精进自己，嗯，也还也还蛮厉害的，也有夹层哦，也有夹层，啊，有了这个就很清楚、啊，从 A 到 A Plus，哦，这张就清楚多了，管理耶、欸，对管理发起挑战。 领导的本质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管理的这个什么讲？他的主管，嗯，要发起挑战了啊！这个主管有看到台的哈，小心一下，这个观众要对你发起挑战。你看，现在已经想要领导的本质了啊，对管理发起挑战，我懂，完全明白啊，完全明白，是不是？OK，哦，东西也蛮多的，也、欸、不错啦，不错。 然后我我我我先切一下哦，它底下哦底下还有啦哦，因为它这个是办公间跟那个是分开的，然后还有还有衣、e、帽间啊，这边才是那个小朋友，垃圾桶放在上面啦。我想说三小啦，哪有垃圾桶？我眼睛花掉是不是？哪有垃圾桶啊？这边呐、啊，垃圾桶呢？哦，真的东西很多哎、欸，真真的东西很多哎、欸。 哦，小孩年纪还很小啊，这个这個、小孩年纪还很小吧？我看那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才几岁而已，对啊，很可爱啊。啊、哦，我们可是我们不要放大看啊，我、哦、就让他哦，哎、欸，不错哎、欸，这个是，可是他说他是跟家人一起住，不是吗？就是三代同堂啊，三代同堂。哎、欸、哦，哎、欸，尔生可以帮我找那个吗？我我把它贴回去。哦，没有没有，我我找到找到了。好啊、oh.，OK。 然后他说：“这个结婚之后，他之前有玩怪物弹珠跟 F G O 啊，以刻,刻到满秃的岁月啊，嗯，很怀念啊，因为现在就是结婚之后就没有没有没有机会可以这样氪金了，嗯，然后这个能氪金的东西就只能刻在小朋友身上，嗯，然后这个就只能刻在小孩身上。好、啊，垃圾桶放高处，对啊。所以这就是甜甜蜜的负担啊，甜蜜的负担。啊，其实你你住的地方还不错哎。” 这里你看这边，它这个外面啊，新装这种 view 的房子，然后这个蛮新的呢，这应该是新装那个，哎，是新装的新区吧？靠近五谷那边是不是？靠近五谷那里吧？还是因为这个应该不是新装的主干道，主干主干道的那边都是旧房子比较多，对吧？正好应该是复都心那里啦，复都心那边，哎，是真的不错，这个房子。 哦，不便宜哦，不便宜哦，各位不便宜哦。好啦，他说他这个那个之后要成为男人啦、啊，哦，要把空间都留给小朋友了。好，那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观众。啊、哦，这观众投稿的比较少一点，只有两个。啊、哦，来，他说他是马来西亚的皮粉啊、哦，现在在吉隆坡上大学租宿舍哦。但是他虽然说双人铺，不过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住啊，对啊。 嗯，确实是宿舍的房间。嗯，哈哈哈，我觉得宿舍房间就是一种充满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乱吗？杂吗？<laughs> 可是你们的宿舍跟台湾的学生宿舍不太一样吧？台湾的学生宿舍不太像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以前的学生宿舍，我我找给大家看好了。我我我我找给大家看。 我看看，我看看，我我我不知道有没有。哇靠！哎、欸，我们的学生宿舍，我毕业之后长这个样子哎、欸，哇靠！你不要，这应该是女生宿舍吧？男生宿舍跟猪猪窝没两样，那个你不是猪窝啊，那个环境很差啦。这是女生宿舍啦，我真有去过一次啦。对啊，去过一次，哎、啊，这个。 怎么最好是这样啦？我们那时候那个铁栏杆都快要都快都快生锈了，你知道吗？每次爬下来那个一拐一拐，那那个铁栏杆感觉随时要崩了。对啊，而且那个大家距离都很近啊。我看应该是像像这个样子吧？哦，好小的图哦。对啊，就是像像这样了。我们之前住的宿舍是这样，就是。 基本上你只要一后退，如果对方也是后退的话，两个人就会互相撞在一起。所以其实空间很小，而且因为上面灯光都被床遮住了，所以你都要开那个桌灯。然后桌灯它的那个灯光也是都还蛮还蛮鸟的，就说是以前的宿舍啦。没有我们宿舍长不也不是这样，这已经是高级版的，我们宿舍更更烂一点点。就是新建的吧？没有啦。这个应该是那个女生宿舍啦。女生宿舍六人一间，人比较多一点。 男女不平等，没关系啦，没关系，无所谓。男生宿舍概念不就是监牢吗？也是啊，对啊，所以就是的，你你当兵的时候就觉得哇，当兵的寝室怎么那么大？对啊，好啦。所以他就是说，他衣服为什么要塞在里面？是因为他在外面会有人偷闻他的内裤？感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应该没有那么无聊会去偷玩你的内裤。这什么东西？新北泰山的观众。 哦，从小一住到出社会，嗯、啊，他从这个是新北泰山，泰山我熟的啦，啊，泰山我很熟。然后他说这个这是他平常打电脑的地方，为什么呵呵这个、这个年代感差距差的有点多？这看起来就很新啦，啊，这个至少三年内的，哇、啊，这看起来应该三十年内的啊，三十年内的，哈哈哈,哈。呃、嗯，武林晚上好。 <laughs> 对啊，靠！腰这个对比，哈哈，不愧是从小一住到出社会啊，果然有差。嗯，妈的，那边看妹子，看这个人三心二意耶，真的是，真的是哦，三心二意，嗯，三心二意，看妹子。这个不知道是哪哪一台，因为我比较少看妹子台，对啊，最多就是看可能认识的 VTuber，稍微看看一下嘛，嗯，或者说看认认识的实况组，像这种妹妹子台我就比较少看了。 哦，刺鬼吗？是刺鬼啊！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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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清楚、欸，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我都看男的、啊，有啊，女生有时候会看啊，像有时候就是会看一下，哎、欸，又又不一样了。哇靠！你看两个妹子，这个过分了吧？啊，不是刺鬼，因为我也不太不不太认识啊，因为我看的我看的呃女实况组都没什么露脸的，对不对？最多就像木林那样露手，嗯，露露一只手。 就比较少露脸的啦，嗯，因为我有时候看实况，我也不太会看画面啊，就是挂着听声音比较多啊，就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听声音比较多，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聊天的内容的，就是会有一些多一点聊天内容或干嘛的，对啊，小鱼哦，小鱼对啊，然后它还有一个 PVC 柜，那海报看来是很危险吗？ 傻了马还马不住，用鼻血当海苔涂了，<笑>,笑死！刀剑神域哦，看来是一个刀剑神域哦。嗯，刀剑神域哦，书蛮多的。游戏人生，然后我们要是记得什么游戏有游戏人生的，就会有什么书，大家还记得吗？ 有有游戏人生的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约会大作战，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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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还有什么？还有还有，哎、欸，我记得是有约会大作战跟什么？那是不是？看我就这样说。而且这个很，这个很讨厌哎，这个人很讨厌。居然没有加速世界。这个人真的很讨厌。你看哦，问题儿童都来自异世界啊！一二三四嘞，约会大作战一二三四哎，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这样子。 这样，你同同学来你家，你会被打，你知道吗？订阅怎么没有声音？prayers e and 哎，有啊有啊，感谢我们的 G I 九，对啊你这个会被同学打，这个不要开玩笑啊！你这样子很过分哦。啊，这个都是《刀剑神域》比较多，看起来是蛮喜欢《刀剑神域》啦。哦、啊，都是以这个《刀剑神域、啊》还不错啊。我觉得他的他的房间还蛮不还蛮不错，但是他这个床应该是木木地板啊，木地板这种很容易刮花吧？我觉得这种意志。 弄久了好像都蛮容易刮掉的。哎、欸，它很聪明呢、欸，它这边放了一层榻榻米、欸，哎，还是什么草席、草草席垫之类的。哎、欸，这样很聪明，这样不会不怕撞到、欸，哎，摸到这个就不会那个手手或头啊不会撞到。啊、欸，这好像是有床头柜，它它没有放，隔开隔开味道用吗？哎、欸，这个东西应该它会吸点水分吧，还是说干嘛的？我也不太清，不太清，不太清，虽然会有一种清香啊，有点清香。 啊，哎、嗯欸，这包晚上好，好了，那下一个，下一个，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也是新北的女观众啊，新北女观众，她说大学毕业之后呢，这个把在家一的妈妈跟弟弟接来定居，三房两卫哦，她说有一位在他房间，因为很潮，就会会容易潮湿，所以不太不太会用啊，没有窗户的那一种是不是？然后。 夹一堆娃娃，全部塞到他弟的房间。哦，他有在玩夹娃娃机，但是就是夹的娃娃通通都丢他弟的房间。我知道啊，这个姐姐，你知道我之前不是讲说那个我有认识类似像堂姐嘛？然后我那个堂姐就是她也是很喜欢夹娃娃干嘛的，然后她的东西全部都丢在，因为她自己的房间就很精彩，进去就很精彩了，所以她东西很多，她就把它丢在。 我那个堂弟的房间，你就看他里面一大堆 <laughs>，就说这谁的东西？哦，我姐的、啊，笑死！床垫很有年代感哦，我觉得只是因为是色差的关系耶，这个没有年代感还好啊，是因为色差的关系，这个有点像是苏格兰，苏格兰的哎、欸、是什么？就是說英格兰的那种英伦风吧。我家也有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哦。 哦，对啊、阿玛加风格没有啦，这只是因为也也相机拍的关系啦。它正常真正颜色应该不会像这个样子。这这这个真正颜色应该不是这样，要还要再更鲜艳一点吗？呃、耳耳生你这一模一样，它颜色就是长这个样子吗？还是不不太一样？差差不多，差不多哦，真的假的？那它可能就是用太久了，<laughs> 用太久了。 哦，但是它的棉被就很有年代感啦，哦，棉被就很有年代感。看了之后，这个棉被呢，应该是盖了蛮久了，<laughs> 有这个花、啊，有这个花，是不是？阿嬷阿嬷棉被好像都一套的、啊，风格就是这样，都导航都一套的。哎，一样了，欸、哦，那也一模一样的。它的这个很爽诶、欸。我靠，你这个很爽诶、欸。 他是用笔电电脑啊，哦，他他就是笔电在外外接个荧幕，可是也很爽诶、欸，哦，没有没有机箱，其实蛮多好像现在蛮多人都这样，对不对？现在蛮多人这样，他说他的那个 Switch 跟 PS 四都放到客厅哦,哦，很想要把收藏摆出来给大家看，可是就东西太多了，哦，也是懂收纳的，那这边就是女生的桌子，哦，这就是女典型女生的桌，但是这个是干净的女生的桌子。 我还是说他可能有整理啦，哦、嗯，他可能是有拍拍之前先整理干净女生的桌子樣怎么样？不开玩笑，真的真的，因为上面很很清楚啊，什么什么呃润、欸、滑润滑乳啦，什么化妆的一些什么保湿唇膏、遮瑕还是什么有的没的一大堆，嗯，会会会有很多湿润的啊，对啊，像那个手会干嘛？不是润滑乳吗？就是那个。 说有,有时候天气冷嘛，有时候女生手皮比较薄嘛，啊，呃、啊，乳液对啊，润滑乳，呃哦、呃，乳乳液啦，乳液乳液就是手比较薄会裂开啊，可能就是会涂一下护手霜还是什么那种润滑的，乳液啦，就乳液哦我就不常用嘛，我怎么知道靠腰，我就不常用哦，不要那么吹毛求疵，嗯，诶、欸，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个衣柜，但这个衣柜后来我就。 比较少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是呃、欸、久了，它这个衣柜会有点会有点歪歪的。然后我这个人就觉得说，干，房间里面的东西歪歪的，我就很不爽，我就我就就我就超级不爽，就说干什么歪歪的，怎么歪歪怎么歪，就会我就我就会一直想。然后睡觉的时候看到就觉得怎么歪歪怎么歪歪的，我就整个睡不着了。对，所以我会喜欢就是这个。 床柜要好好的这样，哦，大头贴哦，嗯，啊，为什么只有这是弟弟是不是？还是男朋友？为什么只有遮你自己，<laughs> 没有遮，没有遮的、這個、男生？过分哦，过分，只马一个，哦，只马一个，没有吧？感觉应该他弟吧，是不是弟弟？嗯、哦，出卖弟弟，哦，哦，不错哦，银魂。 他也是，他有抽一番赏，东西其实蛮多的。兔年行大运哦，还有招财币，不错啊，收藏很多啊。哦，这个是你看有没有？很舒服哎，这样其实蛮舒服。还有一个平板这样子，还不错啊。这个空间真的蛮蛮窝心的蛮窝、哦、心的。好了，高雄的观众，高雄观众，下一个，介绍弟弟给你，不用了，不用，弟弟介绍给聊天室。 我们后来我发现很多女粉投稿、欸，哎，其实女女女生投稿的很多、欸，哎，对啊，比想象中的多很多。然后我想说，哇，这个这个这么多，对不对？聊天室整天说没有女粉，嗯，是不是？在那边我也夹起来是女粉在哭哦。<laughs> 然后高雄的皮粉，然后他说这边很乱，是因为懒得整理东西又多，很多书都是他爸妈的，看得出来啊。这个这个书。 豆豉豆豉六点二，Windows，哦，Java Script，哦，它这个 Java Script 啊，也是蛮厉害的。D S D S L R，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豆豉五点六啊，呃，豆 d o 六点二啊，有年代感。这个估这个什么，你拿去那个给人家估价，还可以拿去高价回收。为什么？因为这个古董，古董书籍。 你不是那个拿去旧旧回收给人家估嘛，这个应该 <laughs> 跟他的年纪吧，跟他年份呢，因为一年就一块钱啊，一年一块钱，这个可以卖的比其他书还要更贵很多，正 <laughs> 宗<乘重>啊，哈哈哈，给人家估啊，估一下啊，四、哦、十年以上那就可以卖四十块啊，嗯，过时被判零元没有，就是古董书籍嘛，所以他这个应该是他原本的父母的房间吧，是不是原本父母的房间？ 东西真的蛮多的，哇靠！而、欸、且这个这个书也是，这个这个啊，这个电脑桌也是有年代感的。旁边有附这个小小铁柜，哦，年代感，哇，太多了吧！这个卫生纸、嗯，少打一点啊，少打一点啊，我们身身体还是要顾啦，身体还是要顾。哦、嗯嗯，很精彩。我说喷嚏少打一点，喷嚏少打一点，因为打太多喷嚏，那个鼻鼻腔黏膜会受伤，啊、嗯。 所以叫他少少少打点喷嚏，啊！怎么大家都有这个鲨鱼呀、啊？而且这边有卫生纸，那边有卫生纸。哦，你，这个也是卫生纸用量很大、欸，还有八六，看到八六了。嗯，不存在的战区八六，哇！漫画书是这样堆的哦，哦把漫画书当成那个小小山丘啊，睡觉的时候想想看，随时拿起来的。哦，另外一个是椅子哦。 哎，感谢 style hello，感谢 QQ level，感谢订阅，感谢下啊，哦，约会大作战，来，我们看一下，他有约会大作战，那他有没有游戏人生？哎，没有诶、欸，他没有游戏人生哎、欸，哇，你是第一个只有约会大作战没有游戏人生的人，哦、他是约会大作战配上那个不存在的战区。 那你就不出抱枕，啊你只要出抱枕。下次这些照片床上都是你的抱枕。<laughs> 不要啦，哎、欸，这都很大尊呢、欸，他的收藏都蛮大尊的、欸。这个大概是几比几的？这个模型不知道几比几钢弹，好大一个，这个很大呢，跟一本小说大的一样，一比一百是不是？对吧？这个应该也是不便宜的、啊，算是比较贵的吧。还有这个大模型啊，不存在的战区八六模型。 你这个是已经是店了吧？这模型店也是这样摆的，好不好？这模型店是这么摆的、啊。可是我有个疑问啊，为什么大家煮完之后，这个盒子会会放到这边？煮完不是这个盒子，你你们都会留着啊？按、啊、按、啊、都煮完啊？还是这个还这个是还没煮的？很漂亮哦，只买不煮。主席没有头了啊，主席。哈 <laughs> 哈 嘎呀、啊！你在辱华、哦？哦，你这个涉嫌辱华。哦，这个哦，这个小小的那个出号机很多诶，根本就模型店的吧？哇，那床头也很精彩诶，他床他床头很精彩，对吧？哦，啊，他说他之前初音掉下来砸他的头过。诶。 你这个睡觉睡一半，然后这个音掉下来砸到头，这个如果这个插到插到眼睛，真可怕、欸！哎，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它这个是没有完全平稳的放着的，它这个是苦在这边，因为它后面是墙嘛，啊，这个床头柜又没又没那么宽。对啊，地震老婆把你插醒，枕头套拿就洗一下啦。得烤哦，不然你换个枕头套嘛。我像我的枕头就是。 外面还会套一个枕套啊，三不五时就拿去洗一洗这样。不然我因为我喜欢就睡起来没有味道，洗一下洗一下。那小贝贝是不是听你在听你在呼啸？小贝贝，嗯。哇，为什么他这个外衣的版本不太一样、啊？为什么他是这个那种透明透明的？哦哟，哦，小一吧在这边。 我收藏的也是很多哎、欸，不过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钢弹比较多啊？有没有有没有人喜欢比较特别一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台中的皮粉啊、哦，只有两张图，比较少一点啊、哦，只有两张图。他说目前还在父母手下生活，乐对啊，像乐高啊，像我就很喜欢乐高啊，我我家我家乐高现在没有收集很多啦，我就喜欢收集几个比较特别的小的乐高的东西，对啊。 喜欢阿北出事的计程车，what？房间看到巨量的钢弹，对啊，好像大家都钢弹比较多哎，嗯、大家都很喜欢钢弹，我喜欢你，工山小，感谢 I love you，谢丁叶，感谢大家都喜欢钢弹，我喜欢你，欸、你家都是洛哦洛伊德、哦、啊，阿牛阿牛阿牛有分享吗？感谢零四一三，感谢地上的乐高，不会啦，嗯、呃，那、呃。 嗯、皮皮哥哥订阅第七十个月了，欸、太忙了漏了好多，是每月留。圣诞树。妈还记得的话，我想听你唱《爱你》。爱你。啦啦谢谢你订阅七十个月，爱你。亚森罗。我家都是洛伊的。洛伊德，我想看呢、欸，还还蛮想看的。灵魂会师啊，灵魂会师。他说这个圣诞树幼稚园画的很可爱啊、喔，每天。 现在就是坐在电脑面前欣赏老皮台，手很闲就会拿魔术方块出来，哪哪边有魔术？哦，这边拿魔术方块，哦，魔术方块。七大型要、哦、考考音检，这个就是比较朴素的房间了，啊，朴、哦、素的房间。然后这个床单我之前有、欸，哎 <laughs>，一模一样的、啊，这床单我之前有、啊，可是我现在没有在用，我现在用另外一个床单了。我是说王心凌的《爱你》不是敷衍版，老皮爱你。 我这个，我这个，不然我弄念你好了。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哎、欸，这个房间里面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我的生涯档案，好想看哦！这才是最精彩、最好看的，好不好？这最精彩、最好看就是这一本。对呀、啊，哎呀，真的是两只娃娃，从他小时候陪到他长大。嗯，最珍贵是这个深蓝小贝贝，哦，出生就留到现在，那还蛮久的。 敷衍的越来越专业了，没办法、啊，你们的要求都太那个了、哦。数量还好，我可是摆满了两个半间房间。不过我没整理，你可能会花风，不知道能不能放。<laughs> 还行啊，还行，没有。可是下次啦，你这留到下一届，不然太多，我们真的今天讲不完。对，好，这个是桃园的皮粉，桃园皮粉，他说大学时候也他是大学生，也是补习班全科讲师哦，他在补习班当讲师、欸，哎。 然后这是他从小住到大的房间，不会在火车站那里吧？大学去当全科讲师，在补习班吗？这、就是上次那个观众，我、哦、上次那个观众那个书藏书,书量超级多的，真的超级多。可是为什么？是有在骑车是不是？猪头，这什么青春？哎，不是吗？这这不是青春期那个猪头那个吗？哦，不是哦、啊，怎么看起来像学姐？对啊，单人车啊。 没有吧？这怎么骑？有人看得出来他喜欢骑骑车子啦。嗯、呃，现任大学生，为什么大家的线都？你这个线有点个性呢、欸？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线有点个性，你知道吗？你看他这个线，一般都会走这个墙边，这样下来之后，从那个缝隙这样走出来。他这个有没有？直接大大大从中间这样，像瀑布一样，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叫做电流瀑布。呵呵 电流瀑布粗犷风格，呵呵呵粗犷风格，高杯哦，还有蚊帐，这个很像以前小时候啊，那个阿嬷家，然后呢阿嬷煮完菜有没有？他说啊吃饭哦，吃饭哦、喔喔，他就拿那个罩子就把那个这个盘子罩起来的，很像，很像、啊、怕那个苍蝇去吃，超像哦，正神啊、哦，对啊。 这正正身的制服吧，所以他之前应该是读正身高中吧。正身高中这边还有学号被看到了，正身正身的哦，我明天就去正身堵你哦,哦，明天就去堵你。被堵到了毕业吧？啊，他毕业啊，对，他现在在，他现在,在大大学嘛。我去火站堵他、嗯，怎么大家都有这个鲨鱼啦、啊？是怎样了、啊？而且为什么墙壁有裂痕？他说这个是上一次四月多那个时候大地震。 震出来的靠腰，你家可是这个应该只是水泥水泥裂开而已啦，这個、应该是水泥裂开啦，你到拿那个漆漆漆就好了。因为如果说是真的大的那种裂开有没有？啊，就是它应该就不会是这个，它是整个斑驳，这边会掉一大块下来，这种就很危险。这、啊、还好，你这个这,這個就是它油油漆水表面水泥裂开一点点而已啦，嗯，就有时候里面里面会有水，但是还是要补一补，怕怕漏水。 对啊，有时候那种有缝隙就会有可能会有水。好，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是台中观众。嗯，对啊，那是二十，真的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地震，所以呃，像我像我家顶楼上面也是有一点，然后我们这样诶，这两个月就有去稍微把它给拿那个补土补完嘛，因为刚好裂开的是顶楼、嗯。 靠外墙的位置，如果你没去补土，下雨天就有可能会那个了。我觉得我刚刚内容少了很多资讯，我要平反一下。我之所以没整理，是因为上次大地震，我的所有收藏砸下来，除了砸到我身上之外的，我都没动，因为我不敢面对，<laughs> 怕摔坏是不是？他说这个应该是套房，这个套房，因为正常来讲，一般房间你不太可能会把。 浴室的门放在床边，因为这样的话，你浴室假设你洗澡干嘛好了，那个湿气一下就把这个床给弄到，反正就是会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通常来讲就是套房会比较多一点，就小套房啦。他说他这个是他刚出社会租，已经租三年的房间，月租五千元哦，地板自己拼接的，诶、欸，这地板自己拼呢？ 哦、啊，这边还自己拼的啦。它原本是这个，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顶楼的？这不太像是那这是家里面会用的砖吗？有点像顶家哎、欸，我这感觉这有点像顶家，是不是？对啊，看起来有点像顶家的感觉。哦，小房间这样五千块，台中市区五千块应该还好吧？对啊，台中市区感觉应该还好。哦、嗯。 我还有安全帽，怎么大家都买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很多人买，对吧、啊？毕竟他这个租的嘛，他这个租的他就没有太多收藏的东西，但是他也是很聪明买这个，嗯，那五千还行嘛？五千还行。哦，这个很特别哦，各位，下一张，这个特别的，特别介绍一下，哦，这也是老观众，啊、哦，老观众，你看他这个背景，就感觉到一般不一样的气息，嗯，有没有？有感到不一样的气息吗？是不是？ 啊、嗯，这个车子的品牌你们大概也没看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来自瑞典的瑞典老师啊、嗯，瑞典老师，嗯，这个也是老观众啊，订阅很久老观众。然后他说他多用两间房间，因为有时候在家上班的时候呢，不会觉得睡觉跟工作同个空间，所以他就是睡觉一间，然后呃电脑用一间，这样会比较好啦。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看了我的台用质量就变多了。 害羞啊啊 <laughs> 哈哎，可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看得出来是住在国外，因为你看哦，正常来讲台湾的话，不太会在这底下铺大地毯嘛。可是你如果说在欧洲，尤其是离北边比较就是近的地方，你不用这种东西，什么暖暖气啊，你看这个暖气啊，然后那种地地毯，那真的会超级冷的，冷到一个不行哎、欸，真的会冷到不行。 对啊，我说他桌桌面算是很干净的，好吧？桌面很干净。这外面应该是他社区吧？看这像公用公用停车场啦。哇，采光好好啊，采光很好。哦，还有个电视，可是这个应该电视没在用了吧？看得出来电视应该没有在用了。对啊。哦，那这个卫生纸他也是买很多、哦，<laughs> 买超多卫生纸，用量还蛮大的，<laughs> 用量很大。然后这应该是。 啊，所以这一间，然后这个应该是在左边，左边一间这样子，你看，你看看看得出来吧？因为他这边这个车子是这样嘛，这应该是在那一间的左边哦，所以他的卧卧室在旁边。其实空间没有到非常大，但是就很舒服，而且国外的床也超级大的，因为我觉得国外的床都是 King Size 等级，对吧？都有暖气，对，房间不大，可是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啦。我是觉得光可能光光线的关系吧。 看起来蛮蛮舒服的，哦，就是欧洲啊，哦，住在欧洲舒服，舒服，很有很有质感哦。诶、欸，我觉得欧洲蛮多房子都是用这种极简风格。其实这样盖起来呢，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感觉质感？就是因为很多都是木造房屋，它就是木造房屋，然后呃，就是这個、东西就是木木头比较多。可是你在台湾不可能。 就是盖这种房子，因为你盖这种房子超危险，你一个台风来弄一弄，还是干嘛地震来，那个房子那房子倒了。所以台湾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房，那这个都是木造房屋啦。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哎、欸、很漂亮，然后就是它的隔间这样隔隔起来很舒服。可是有就是有些墙壁你一拳头就可以把它打。 打爆，<laughs> 有些啦，有有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应该是木头的吧？它应该是木头，然后贴那个贴那个层板还是什么的。对啊，这很干爽，因为它木头的会那个嘛。对啊，不要吸湿气，然后它本身那边比较呃大陆型气候嘛，对不对？比较干爽一点，不会潮湿。我觉得这是住在欧洲舒服的地方，好吧？这种哦，瑞典老师，哎，不错，真的不错。这个你哎，这是你自己租的吗？还是买的？ 是是是租的吗？就石膏板啊，石膏板是是租的吗？没有不，<laughs> 这个是看你们怎么知道这是香港啊！<laughs> 一看就知道是香港，看好好夸张哦！你买的、哦、那那很好哎、欸，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这样空空间的蛮蛮不错的。方便问多少钱吗？等下我弄一下，东西掉地上了。方便问这样买多少钱吗？<coughs> 看看来形成强烈对比。 呵呵，呵呵呵他说：“这个是住香港的老皮粉啦，和家人住的公屋，小小的电脑桌，然后床是哥哥的，可是没看到床，他只有他只有铺这一张而已，对啊，没办法啦，因为哦，他电脑还只能摆横的，因为他摆直的话，这样空间高度会不够，对啊，香港很多都这样哦，那也没办法啦，这我觉得就就可能。” 没也没什么办法了，对啊，因为空间嘛，你欧洲都地大，你这样对比，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太不太公平。因为你搞不好他这间房子，对啊，你说他同样的价值好，虽然他是他说他住公屋嘛，可是同同樣,同样的同样的价值，搞不好你拿去北欧可以买一栋独栋透天的，而且还大到有剩这样子。这个应该是。 乍看之下，看起来很像台中皮粉，因为他有他有棒球棒呵呵，又有棒球棒，又有 AK 四十七，哦，又有一堆杠杠哦。这个乍看之下，我以为是台中皮粉，他说他不是，他是新装皮粉啊，哦、嗯，他说从阿玛兔跟 Dayz 那时候开始看台啊、嗯，然后他说这是他搬家之后住了五年的房间，之前跑过外送，后来疫情没有。 还还有吗？疫情的关系没有做，他就把那个箱子丢在这边了、哦。所以他说他之前做做外送了。哦，他说之前他很迷生存游戏，刚好捡到前屋主丢弃不要的老枪支，然后把它拿回去保养。所以这个有一些枪呢，是他捡前屋主就是不要的枪，然后拿来弄一弄这样子，嗯。 那还不错哎、欸，那其实蛮厉害的。他说球棒是 A H Q，、哦、我想说这个脸怎么那么眼熟啊？他说 A H Q 的那个绿茶之前打那个英雄联盟，嗯嗯，他的脸。可是为什么要球棒、啊？对啊，一定是台中人哦、啊。然、啊、后他他有游戏人生，你这就不够厚道了。有游戏人生，那、啊、为什么没有约会大作战？嗯，这就没有约会大作战了。又一个异端，嗯，糟糕了，糟糕了。 一零五零钛，没有啊，就是这个啦。我觉得这个收藏很帅、欸，对啊，这样的收藏真的很棒。可是唯一美中不足是什么？大家有发现吗？你们有发现美中不足的地方吗？你们发现了吗？有 <coughs> 没有发现？一定没，一定没人发现。没有机枪，没有子弹，没有啊，子弹这边。我跟你讲，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这个加枪支弄起来是真的蛮漂亮的，可是呢，它这个胎痕，它这个胎痕这样子嘛，然后你看你这边没有把它连起来，看你是要逼死谁？你这样子不把它弄起来，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逼这样逼死谁？我问你，对吧、啊？你这样上来干，然后这边断掉之后，直接从那边继续连接，干这样子不行哎、欸，这样扛扛不住诶、欸，这样这样这样真的扛不住，真的是会受不了，真的会受不了，欸、身心灵都不好了。 本来觉得哦，干很有格调，后来看一看，干不行，这个人不行，哈哈哈，废了，这个人废了，哈哈哈，这个房间爆了爆了，哈哈，没有啦，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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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啦。反过来装，反过来装应该也不行吧？没有，他说他之前有疫情之前有送外送啊，疫情之后就没有没有送了。对，新装啊，新装房租蛮贵的，新装房租其实蛮贵的。我、哦、这个吃药吃很多。 哎、欸，这个机箱很帅、啊，但是你桌上可不可以清清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油油漆吗？还是什么的？不清一下啦。对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灰灰尘还是什么的，清一下，清一下，让它破洞吧。破洞啊、哦，哦，刮到是不是？刮到这样子。OK，然后主机上面麻烦不要放这个东西。你知道主机放上面放这个，它不能散热，好不好？主机上面最好不要放这些东西啊。 他不，他他,他这个他这个我那间大概一千万新台币左右，一百二十七平两层。哇塞，太好了吧？太爽了吧？我现在移民还来得及吗？哈哈哈，好便宜哦，一千万新台币左右，一百二十七平，好爽哦，真的好爽哦。哦、嗯，我害害我都想去哦，还还有两罐哦。对啊，可是床其实挺不错的，其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就要、啊、走了啦，我们去搞个社区的啦。好，然后这个叫做蜜雪，台中的，哎，上次看过了嘛？对，之前上看过了啊。蜜雪<对>，蜜雪，嗯，对，他说他把这个这个家是他自己找建商盖的。嗯，这个上上看看过了啊、嗯。女皮粉，女皮粉。好、啊，然后沃夫啊，不是沃夫哦，不是沃夫，来自南部的观众，我发现是不是住南部的观众家里面都比较大？ 没有发现吗？好像平均家里面好像都大很多，真爽，真爽，不可以喂啊？什么什么东西喂？都透天哦。他是说，我看一下，我先把它切一下。他是说呢，他南部观众啦，他说他很喜欢钓鱼，嗯，就是三不五时就会去钓，而且有养很多，养很多奇怪的东西。 三十五万欧元，嗯，一千万左右，我觉得还,還不错啊，真的蛮不错的。苏、欸、卡，还有养什么手工四只蛇三，三只草具是什么东西啊？草具，然后还有养三只蜘蛛，两只蝎子，结脚手还有各种鱼虾、啊。这个应该是给，就是养鱼的什么饲料之类的吧，放在这里面。哎、欸，他的房间很酷哎、欸，哎、欸，我觉得你的房间好酷哦、喔。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生活也是蛮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格调的，就是你看他东西多，可是呃，就是有自己的规划吧，嗯，虽然东西是有点多啦，有自己规划，就是一个爱好自己兴趣的一个人，那很酷啊！你看有没有床上面嘛，然后下面电脑桌，然后这边就是他爱好的一些爱好的东西，哇，很酷诶、欸！他怎么没看到？ 这是蜘蛛还是蝎子还是什么？什么都看不到。<laughs> 他们会跑出，哎、欸、呦，看到这个蜘蛛脚是吗？哦，好可爱哦！哦，手工哎，那不是他帮他脱皮吗？还要帮他稍微脱皮这样。蜘蛛走开哦，还好吧？蜘蛛还好吧？你用养的蜘蛛又不是你家里面那种蜘蛛，那個、差那么多。有些蜘蛛还是蛮可爱的。 对、啊，还有那么多木块，哇！哎、欸，这个你要说，我我如果放这个画面就好了，哎、欸，我我我放这个画面就好了。然後我跟你讲说，这是钓钓具行，<laughs> 你都信好不好？我说，哎、欸，这钓具行，蟑螂你可以，呃、蟑螂你可以啊，你可以蟑螂，我不能蟑螂、欸，哎，我我宁愿蜘蛛也不要蟑螂，对吧、啊、？Pro，、哦、哇，靠，卷线器就好几个，这个应该真的就是 Pro 级的。 然后你是不是没穿衣服？穿一下衣服啦！不要没穿衣服，穿衣服。哎，哦，这不是电脑哦，这是哦，鱼缸哦。对，你下面这个也太多了吧，超多哎、欸。成山吊嘎，哦，有有可能，有可能。哎，很酷哎、欸，我觉得蛮羡慕这种有自己的兴趣的人，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兴趣、生活的这种热爱。 表达对,、啊、对自己生活的热爱，下面就是怎样吊娃娃吗？还是那个水水族箱的那个装饰品？那宝藏应该就水族箱里面会放的吧、啊？对吧、啊？它连昵称都是那个、啊。哎，感谢跑得快，谢谢宝箱怪。哇，超多哎、欸！对吗、啊？很酷。怎么感觉这很像没穿衣服啊？哦、还有狼，这 <laughs> 是怎样啦？这怎样？ 很很棒哇！哎、哦欸，看，真的、啊，你看，如果说今天呢，你朋友到你房间，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聊、欸，诶，你可以跟他聊啊，我的我的钓鱼的东西，我的收藏，我我的我养的宠物啊，就是有什么手工蜘蛛，然后养什么蝎子这样子，就是他对生活就是很热爱的一个人。然后这边放了一间沙发，沙发上面全部堆杂物。我想问，这沙发你还有在坐吗？ 这沙发你还有在做吗？我看这沙发你应该是没，应该是没有，已经已经,没已经没在做，他们就都是给杂物在做的吧？<laughs> 衣柜啊，对啊，你没有衣柜？哎，你们讲到盲点了啊有啦，衣柜在这边，衣柜在这，哦、啊，衣柜在这里，衣柜在这里。啊、他的衣柜是自己自己改装的哎，这自己改造的衣柜，啊，好酷哦，他这个人是蛮喜欢自己动手动手 DIY 的人吧？对啊，很酷哎。 哦，还、啊、还有一个门，它的格局看起来很像教室还是什么的，不太像是一般家庭哎。你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地方啊？我蛮蛮好奇，这个一般家庭的格局好像不太不太像这样，有可能是透天的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地方。对，好像办公室啊，因为家里面天花板也不会用这种东西啊。对啊，应该是驻办吧，感觉像驻办，铁皮屋哦，有有可能有可能，对啊。 可是，而且很，但是我觉得蛮酷的啦，真的蛮酷的，对啊。但是这边很奇怪，是这边居然没有放电视，这这边放一大堆那个生态箱，哇，三银幕，还有玩 P O E，哦、欸，很幸福哦，啊，幸福男子诶、欸，哇塞，还有还有自己定一个架子这样弄出来，上面可以放自己吃完的这个东西啊，嗯，但是这个免洗筷也太多个了，嗯，自己小心。 还放打火机在这边，你也太多了吧！<laughs> 哇靠，这个瓶瓶罐罐一大堆，是怎样？嗯，很酷诶、欸。嗯，哦，这就是那个啦，堆着，应该是出门的时候，因为他鞋柜放这边嘛。出门的时候啊，床大概长这样，床他床就很简陋。对。然后他说。 他的职业是实木家具的师傅，就专门在做实木家具的。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张啊、嗯，就是他那个沙发视角，他背后还有这个，有他有在玩那个弓箭吧？这应该是那个竞技竞技射箭的那个什么？啊，弓是吧？应该是吧？只是他这个没有弓弦啊，可能拔掉了吧？可能拔掉了。就末日的话，就要跟他组队啊、嗯！末日跟他组队，他会动手能力。 动手能力很强啊，又能又又又他又会钓鱼，又会这个射箭，又有又有这个木工，呃，木工有点满，你可以叫他把那个墙壁给定一定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是嘉义的观众，嘉义观众，<laughs> 不可以，可以啦，他就是为了末日存在的、啊，可以可以把那个加固，那那个 p 就 z z 有没有？把墙壁加固，然后又又可以去钓鱼这样，这个。 我家以前也有这个柜子，对啊，可是柜子后面就是久了生锈，它那个滑轨就会脱落。我、哦、还有玩 VR，、欸、这个是有玩 VR，可是他房间其实不大，感觉在、欸、玩 VR 不会敲到吗？应该只能坐在电脑面前玩吧？对啊。哦，啊、这是什么？这个这个不知道什么作品，看起来很眼熟、哦，这角色，对啊，好眼熟、哦，这什么作品啊？ 有人有人可以从那个书腰来分出这什么作品吗？刀剑吗？不是吧？哪是刀剑啊？魔法老师看起来不像、啊，魔法老师没有这个吧？吹史吹剑太剑什么？史吹剑太郎吗？死吹剑太郎？妖精出包女王啊啊！出包女王，出、啊啊、包,包王女吧？不是出包女王啊，王女吧？ 这个是那个感应器，就是 VR 的感应器吧？可是看起来房间不大，真真的玩不会踢到东西吗？你就随便一一踢就踢到床脚，超痛哎、欸！而且这是外套是不是？原神启动，哦也是不错、啊。哎呦，好危险哦！看这很危险呢、欸。 我靠！你睡这边来不怕他摸到这个滋？看吓死人哦！那如果说墙壁有漏水干嘛的？看这个我不敢想象，算了，这个这个这个我不敢看。你这个小心呐、啊！他说嘉义的观众是不是想要读高职？他明年要买房搬家了啊？那还好啦，还是还好啦。这是他的老房子啊，算算算老房子啊。对啊。好，下一个是维尼新竹的皮粉。 快三十年老公寓，然后他还有说近期有做那个粉刷，所以看起来就是还蛮新的。那地板榻榻米看起来，除了这个门啦，门是真的有透露出三十年老公寓的气氛。可是你看粉刷之后，是不是就感觉就没有那么的老了？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这么讲住那种老房子，可是。 外观旧旧，可是里面都有特别去这样弄，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看着就是很舒服啊，有稍微去把它粉刷一下。有猫哦，嗯，哦，榻榻米，榻榻米这样子，对啊，你看是不是？我就说呗，就是榻榻米上面用这个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弄坏掉，对啊，有时候会会比较容易坏掉。然后上面还有洞，这洞蛮方便的啊，有需要用的时候可以那个，对，我、哦、这荧幕很大哦。 哎、欸，不对啊！哎、欸，不同椅子哎、欸，为什么？哎、欸，靠，你一个人两台电脑、啊，因为键盘都不一样啊，不同地方。哎、欸，你看，这个电竞键盘，然后这个小键盘，大电视，对吧？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椅子，然后这个就是人体工学椅，对、啊、吧？不一样啊！哦。 哦，厉害厉害厉害！我、哦、看这个手表就知道厉害了啊，厉、哦、害！哦，这个钥匙车钥匙厉害厉害，同一个人吗？同一个人啊，他抛的同一个人啊。哦、嗯，哎、欸，其实我蛮喜欢床床床单跟这个东西这样搭配，这种色调看起来就很舒服。对，但是它这个棉被跟这个床单就没有很搭了。嗯，伊塔奇。 哎，其他曲不是没有做了吗？还是还是哪哪一家？什么日本压缩机真的现在非常稀少了。莎莎对啊，每个都买这个，太卖太好了吧？对吧、啊？之后真的压缩机要非常稀少了。哦，偷偷看他的收藏。哦，水星的魔女啊，哆啦 A 梦，那哆啦 A 梦哦，化妆品也蛮多的，不是化妆品蛮多的啦。 哦，有猫诶，好可爱哦、喔！这个猫看得出来，它应该平常啊，有没有运动量应该不太够，运 <laughs> 动量应该不太够，<laughs>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哈哈哈，笑死，看得出来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猫咪的话，如果说它本身啊，啊、嗯，就是肉比较多一点点。 它这个，呃，颧骨下面这边就会稍微比较饱满一点，嗯，对吧稍微要饱满一点，所以它就是看起来是肉肉肉多的，但是健康的啦，是健康的健康的，但是也没有橘猫胖啊，我自己觉得还是比喜天那只瘦，哈哈哈，它只是这边是毛多啦，我就主要是看这边，看这边，像可可的话就是纤细，可可这边是这样子，它是有它是有曲线的。 哥哥是先瘦少年，哦，还自己做这个、哦，可是四根四根螺丝钉不怕崩崩掉吗？我就是很怕哎、欸，我都不太敢钉这个东西、欸，有点怕怕的，对啊，就很怕怕的。好，下一个呃，举考我比较喜欢喜哈，<笑>,笑死！你说，然后举考又比喜宝更更肥的。<laughs> 运动量不足，不是、啊，因为橘猫有一个习惯，就是你给它倒多少食物，它们就会吃多少食物。然后像可可本身它是怎样？可可就是你倒食物给它，它不会吃完，它会放着，然后它饿了才会吃。所以有时候喜宝还胖啊，它超瘦的。喜宝胖吧？跟可可比起来，我觉得胖吧。它才几岁而已，喜宝才几岁。 七宝三岁不是吗？可可都七八岁了，八岁还七岁，反正就是嗯老老猫。可是它看起来就很瘦，这样，对啊。我觉得可可能是比较啦，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没比较没伤害。好，来看一下这个是啊、呃、三叶，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确实啊、呃、三叶的房间，他说跟尔森一样，他老家住在苗栗海线。 他说他房间没有窗户啦，哦、呃，因为没有没有窗户，没有通风，然后专门用来睡觉的，就是用来收集他以前到现在的战利品啊、呃，战利品。然后这个应该是他刚逛逛逛完漫展，整理的很好。三叶算是蛮会整理哦，院里哦，院里院里是哎，我今天才哎，院里是在那个吗？没有，大概南南边的更南边，对啊，已经很南边了吧？院里在蛮蛮南边的嘞。 对啊，他这个打码啦，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照片嘛，还是色色的东西？照片,啊、照片，好、哦，照片，照片，照片就还好。哎、欸，很很会整理、欸，哎，大甲北边哦、喔，哎、欸，感谢你们班谢谢赠送订阅，感谢。对啊，那、欸、很，我觉得这个蛮蛮蛮会整理的。三叶看起来是很会整理，而且它墙壁很特别、欸，这个是人家浴室在用的瓷砖吧？对啊，这种这个瓷砖很。 很特别，然后全部都档案。今天要来点兔子吗？档案啊，天气之子。哦，你真的打没得手哦打没得手？打没打没啊？嗯、哦，打没有、哦啊哦？哦、欸，我觉得他桌子，哎、欸，啊，怎么有电脑啊？他没有在用电脑吗？微蓝档案啊？啊 啊讀,读大学搬出去了啊啊，因为回老家嘛。现在电脑是在现在目前的住处啦。应该是哦、啊啊啊，我想说奇怪，应该是有电脑才对啊沒，没看到没看到电脑。约会大作战，我发现了。那我们看一下约会大作战游戏。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我就说吧，我就说吧。 有约会大作战，那就一定有游戏人生；有游戏人生，就一定有约会大作战啊！如果只有其中一个的，那就是异端，嗯，对不对？就是异端连线，对啊，而且还这个呃，为为世界线上美好祝福，你的名字，嗯，不错啊，我觉得他整理的很好、欸，哎，三叶蛮会整理的、欸，整理的很好，看来各位老、各位仔仔老了，也、欸、感谢。 谢谢我们的行月重工。好，下一位香港的皮粉。各位宅宅都老了。Q Q，来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皮粉的房间长什么样。嗯、哦，近战剑神、嗯，看一下他的房间，小、哦、也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他说这是他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然后租了一年半，一百尺一分为二，一尺我还是不知道多少一百尺一分为二，然后有有有客厅呐、啊。 有客厅，嗯，它是有客厅跟睡觉的地方。啊？啊？这这床也太小了吧？这这个是睡觉用的床还是？这睡这睡觉用的床吗？对啊，你这样子曲着睡觉真的会不太舒服啊。可是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在在外面租房啦。 他在外面租房，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呃，他现在平常生活的地方，然后拿来工作跟休闲用的，对啊，所以他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放在旧家，嗯，睡睡不值哦，就空间利用大是没办法，因为香港太太贵了，寸土寸金啊，我觉得你也不能说拿台湾的标准，其实，对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小一点，就是可能没办法完全升值吧，嗯，九点。 二平，所以一间房间大概四平多吧，四平多，那真的不大，真的不大，对啊。可是他这样，他这样弄一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对，至少比沃夫好哦。我坦白讲，至少比沃夫好，好在、啊、哪里？好像就是他的电线嘛，这至少还有给他理一理呀、啊。那电线你看是安全的，这样弄过去，妈的沃夫那个电线。 我看到，我都替他捏把冷汗。我跟他说：“沃夫，麻烦，那电线不要这样子卷在一起，超级可怕。你这样子，我很担心，好不好？很可怕。他、啊、这个，你看，他这个，把它这样子从后面这样线理过去，然后也不会踩到一不会那个。他、啊、这样拉拉拉到这边来，这样，哦、嗯，是不是？哦、嗯，安全，safe，哦、嗯、，safe，这就是安全的桌子，安全的这个配线，哦、嗯，安全配线。” 强 <laughs> <強>迫症 <laughs>，港币四千，港币四千，这样港币四千一个月，四千港币多少钱、哦？我直接查一下，四千个十百千，H K D 嘛，to T W D，哇，一万六啊！ 哎、欸，不是真的，真的，真的贵，真的贵，一万六，这一万六啊，好不好？聊天室一万六啊，四千，这是他说算便宜的，他们说一,一万六在台，在香港很便宜的，对，就是热热门区域便宜的。台湾的话，一万六、哦，呃，我们工作是两万多。 老大涨价了。不是说有客厅吗？对啊，有有客厅，可是他没有放客厅的图。呃，可是客厅大概跟这房间差不多大，对，所以就差就就就就就差不多大这样子，对吧、啊？在台湾，呃，我我的工作是两万多了，现在涨价，涨到两万块块六了，哦，两万块六，然后六十平，六十平，大概是这个的。 十几倍吧，十几倍，这样就知道台东一五零零到底大概大概贵贵个一万块嘛，大概贵个一万块，对啊，就是大个十几倍这样，所以就真的台湾跟香港的房价真的差很多，真真的差很多、嗯，所以你不要说哎、欸、房间小，看人家房价还涨一万六哎、欸，你这样要我去住我是没办法啦，这我是没办法，你看人家一万六哎、欸，这个钱。 我觉得住这么小的，我会觉得，看这怎么样？可是香港如果地段好的话，真的，这个就是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一万六算应该算蛮划算，对吧、啊？物价不一样啊，物价不一样啊，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地方了。好，然后这个是女皮粉，她说女皮粉跟姐姐一起住的房间，姐姐今年嫁出去，现在剩下她一个人的房间了。个人兴趣很少，所以东西不多。 床头上有这个胶带是怎样？以前贴偶像、偶像追星的小卡啊？为什么撕掉？是因为偶偶像已经那个了吗？为什么把它撕掉？呵呵，不爱了，偶像不偶了，不偶了。他说墙壁有粉刷了，以前他就这样想要，哦、啊，之前想要吸粉红色，粉红色看久了其实。 其实会不太舒服，他后来把它砌成天空了，天空蓝还不错看。这个房间这样砌还蛮还蛮舒服的，不爱了、啊，所以爱会消失吗？爱会消失吗？正想变成卡比兽，嗯、<laughs> 然后他说，呃，哦，他说呢，有人会问为什么床头要放卫生纸哦？想知道的私。 啊，试一下，是女是女粉没错吧？是女粉没错吧？他说没有，他说他就是平常在床上追剧啦，啊，有时候看到很感动的就落泪，就就拿这个擦擦眼泪，擦眼泪啦，哎、欸，然后电脑哦，还有买哦这个乌龟海滩哦，乌龟海滩的耳机，而且还要买这个支架哦，这个充电很方便的。 他说：“可是他买了只用一次，因为都没人陪他玩游戏。”以下开放真友。我们今天这个是哈，这个是呃，展现自己的房间的节目。我们这不是征婚节目哈，这不是征婚节目所以这个开放真友这个就稍微有点、有点、有点,有點过分了哈呵呵，稍微有点过分。好了，可以啦，你们去下面开放真友了啊，开放真友还有五条悟啊。 五条五、欸，现在变條、啊、<laughs> 二点五条了啊！二点五条啊！那個、你买这个立牌也是未卜先知啊！剩下一半在哪里啊？这怎么做一半？剩下一半呢、欸？啊，房间是啊，房间其实没有很大啦，但是收藏的很好、欸、哎！哦呦，赞哦、喔，都收藏的很好，我觉得他算是比较也也是比较会规划的人，就是比较把房间整理的很好的人、欸，还不错啊，这种生活习惯很好。 对啊，算是还蛮不错的，嗯，然后再检查这个，看完就要检查一下，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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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啊，就是比较爱干净的人吧，我感觉，因为我觉得从房间整理的怎么样，这个这个看得出来，就是有些整理，就是虽然弄一弄，其实他还是看得出来是比较脏乱，或者说比较杂乱这样的嗯，哦哦，他房间也是很多东西哦，住起。 七年永和皮粉住在三十年的老住宅哦，他说：“这个等身抱枕，你你这个你这个啊，看这个也是乙提的抱枕，两个都乙提的吧？对吧？乙提抱枕，原来是个提宝哦，提宝！什么叫谢大哥三小？” 哦，还这样接这个哎、欸，好爽哦、喔！接 P S，,、啊、<S 接 P S 来玩。还有这个，哎呦，可可那、欸、个皮皮子钱包，嗯，啊，怎么就有握力器呀、啊？哎、欸，不过说实在的，我发现握力器这个现在少很多。它也睡地上啊，对啊。滑鼠垫怎么抽一半哦？啊，就桌子没那么大、啊，这边还有放东西啊。皮弟，哎，要进来了吗？ 天气好热哦，对啊，今天超级热诶！感谢 MIA，感谢皮迪阿进来一起鉴赏了。你亚公在用的，最好是啦。这他是不是有养宠物啊？他为什么枕头放地上？是给宠物睡？你看这边有笼子啊，所以应该是有养猫猫狗狗啦。嗯，呃、那個，狂暴小野猫，它那个房间应该是养猫猫狗狗。啊，这这这什么？武器百科，哈利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哦，围棋哦，哦，围棋高手，AutoCAD 两千 Java 啊，这不是 Java，什么东西啊 g n g n i u s, Junior, <S 哦哦，不行，我我这样脖子好痛哦，这样看着脖子好痛，算了。二零二零零七，嗯，你很很有年代感，哦，这很这很有年代感。瑜伽球，这有在用吗？看这个球吧，这边应该放很久了，嗯，应该放蛮久的。 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台中的皮肤，哎哎哎哎哎哦、哎、哦，这个也整这个很整齐哎，我靠，很猛哎，也太多不能露出的了吧？你这个，他给我打码，也、欸、是有打码啦，是有打码，确实啊，我怕他打到看到没打码我就完蛋。OK，啊，台中。 丽塔村村民什么东西？真的吗？丽塔村开始订阅的啦、嗯。他说有一些有亲笔签名还有本名的，跟比较 over 的收藏都把它遮起来了。第一张图，这是第一张图嘛？他第一张图是从入口进来，所以他就是从他的房间入口进来的视角这边。哦、嗯，他说这个，呃，为了让他的视觉感觉更大，所以他把他的床头朝窗户这边。哦、嗯，所以他这个应该是。 原本格局可能是床会这样放吧，因为说以正常风水格局，床应该是朝这边啊，对吗？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朝床，因为门门应该是从这里吧，门应该是从我现在画面右右右手边这边出来，所以一般来讲不会床头对着窗或者是床尾对着门嘛，因为床床尾对门的话，人家会说把人扛出去啊，然后床头贴窗的话是说，因为风会灌灌进来嘛。 所以不舒服，所以床头一般来讲说是要靠墙，这样才有靠山，对吧、啊？所以它这个正常应该是这样，但是它为了要让空间看起来更大一点点，然后不要把不要不要把空间切割，所以要把这样靠，啊，这边就弄了一个这个，对。但是风吹的话，应该还是蛮蛮冷的啦，这个要稍微注意。就是如果头头痛还干嘛的，这边可以多放一个板子干嘛的，把它把它给弄高一点嘛，把风把风挡住可能会好一点，不然冷风灌冷风吹进你的洞，有时候真的会太冷，嗯。 哦，他他有很多摇曳露营，这我这我倒是知道，这是哪一部作品？好、哦，还蛮眼熟的，不知道哪一部作品。老大已经两年了，我们的婚房要按照观众的房间来配置吗？<laughs> 这样我们就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东西啦？这是复古，感谢。感谢，OK，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电脑桌，他这个哎，他房间好好爽哦。 很舒服诶、欸，其实我觉得他房间设计的是蛮舒服，就是你看他这边是那个懒人座椅嘛，所以他其实坐在地上玩电脑的，对吧？他坐在地上玩电脑、哦，哇，这个、欸、收纳也收纳的很好诶、欸。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很会收纳的一个人，嗯，都到处整整齐齐，还有这个辛拉面、嗯，然后电脑桌平常在蓝骨头上面看看实况或玩游戏哦，左边架子是没买书。 的书柜暂时先放着，右边是成年的东西，还有背包，嗯、看一下，检查一下，啊、我们稽查稽查，蓝蓝岛，哦，蓝蓝岛、哦，我第一次看到哦，哦、啊，现在是第一个有蓝蓝岛收藏的，哦，啊、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他、啊、家这个书多到一层放放放不下，他书是两层，你有发现吗？后面还有一层，前面有一层，哦、啊，他是放不下，必什么必胜。 这个是糟糕的书，对不对？原文的、哦，他说他是买原文书，上面这层是原文的，而且封套都没拆开，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买来收藏的那种糟糕的书籍，对吧？是吗？我我我因为因为如果我认错的话，就先跟说声抱歉，因为我也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品啊。但是通常的那个书套没拆开的，我觉得要么收藏，要么就糟糕书，要么就是糟糕的书 <laughs> 糟糕的收藏啊，就这几个可能性了，嗯。 收藏，糟糕的书或糟糕的书的收藏啊、嗯，还有还有罐头、啊，不过这样弄得很好啊，我觉得他这样弄弄得相当相当好、欸，很舒服、欸，诶。就是收的很舒服，整个弄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很乱或或干嘛的。哦，皮枪冰霸杯，诶、欸，冰霸杯如果要在做的话，因为有人一直想说他这里没买到，他想要我们再做，那如果要做的话，我会想说要不要我们尺寸做小一点呢、啊？ 比较方便你们携带出门，这个东西只能放家里面用，你带出门好像有点太大。如果你们还想要用的话，你们你你们会想要做小一点的吗？就是七百多 CC 的那种小小杯子的，对啊，刚好想要做大的就好了。想想要做，因为一直有人就说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我就说冰霸杯需求那么需求那么大的吗？他说要要要，哦哦，未歹哦，有料。 哦，有料哦，有料有料有料，赞赞赞，哦，赞赞赞，哎呦，这个这个这个超赞，一百趴一一百趴赞，而且旁边还有这个，哦，不错啊，不错，我觉得他这个房间很棒、啊。台湾野火狼天佑宫，哎、欸，野火狼是什么东西？有人知道什么叫台湾野猴狼野野火狼吗？ 你说皮皮子的做这个常用吧，常用才会泛泛黄啊，常用。哎呦，对吧、啊？什么是野活狼？野活狼是什么？火火野人我知道了。公庙啊，公庙的帽子吗？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啊，像我之前也看到那个假公庙帽子，那其实根本不是啊，就就就恶搞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第三张是床的正面，就是他床那边睡觉，所以他这个是入口。他刚才站在这边拍照，所以他没拍到这里。这边收藏更多，哇靠！你这个这个已经是小呃算什么讲小租出租店了吗？就是跟那种人家逛的出租店一样，那个很爽哎、欸，超级爽哎、欸，而且还有买皮皮。 开运硬币太神啦，对啊，太神啦！哦，还有这个小杯垫哇、哦，还有这个哇，整套都给你收集齐了，太神啦！嗯，很很猛哎。然后我们现在在我们現在家找书柜，你知道找什么吗？我现在,在找都不行啊，他这个他这个收藏太多了啦，都遮住了，找找找不到啊，看不到是看看不到，没办法，被被遮住了。 哎、欸，很多哎、欸，而且亲笔签名版很多哎、欸，对啊，这都亲笔签名的呢、欸，哇，这个这个非常非常有爱，也是一个热爱热爱兴趣的人啊！不要不要看人家衣服啦，看人家衣服干嘛？真的是看别人衣服干嘛？因为他之前有去日本度假打工，他说他之前有去日本度假打工，所以他有带很多收藏回来啦，嗯，他有带很多收藏回来。 哦，蓝蓝岛哦，原来在这边。蓝蓝岛剩下的放在这里了。哎、欸，他是有整套蓝蓝岛哎、欸，而且其实是有有些作品的年代是真的蛮久远的。我我我我讲实在，他这个有些作品的年代，<laughs> 应该是我还在念个高中，还是还是哎、欸，我应该念我,我念高中时候的东西，嗯、欸。 真的是也是不错啊，这件蛮精彩的，这件事真的蛮精彩的。热爱收藏，四十，你没到四十岁，没到四十岁吧，三十几岁应该差不多吧，三三十多岁。好，然后下一个是来自庆记式的皮粉的闺房，刚出社会没几年，是租的，然后月租五千五，哦，月租五千，我来看一下好了。 你这个是要召唤？没有这个，如果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啊，他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召唤什么什么恶魔仪式这样？嗯、欸，他想说这这在干嘛？恶 <laughs> 魔仪式没有，他说他就是租这个房房子啦啊，也、哦、就一个月五千五，还行啊。这空间如果在台中市区的话，应该才还好。然后有用这个 VR，哦，还有软垫哦，Index 哦，还有嘴，这个是嘴巴的感应器啊，五千五算蛮便宜的吧？蛮大间的,、啊、的，蛮大间的。 呀，yeah, 不过应该是只有套房吧？看起来应该是套房哦。这挂 VR 设备，还有动补诶、欸。桌上那台 Index 没什么在用了，它、啊、这个这个应该是那个 HTC 的那一台吧？哦，哇，两台 VR 设備,、欸、备，它两台 VR 设备不开玩笑啊、欸。对啊，这个 Index，对啊，整套都有啊。哦，很猛诶、欸。 很猛哎、欸，地下室吗？应该是透气的通风窗吧，看起来应该不是那个吧。黄埔背包我以前有一个，嗯，我以前有一个，啊，他他的他,他的电脑桌，他的电脑桌看得出来，嗯，不错，复古电脑桌，嗯，复古电脑桌,、嗯、桌。这个好像只有是什么《爱丽丝》还是什么的来着？是吗？是那一部吗？ 诶、欸，小桌子，不我觉得他这个生活生活蛮有情调，但是卫生纸用两包，嗯，卫用两包，游戏人生，诶、欸，没有啊，又是一个异端啊，又是一个异端，这个明显就是异端啊，对啊，用量超大，<laughs> 用很多诶、欸。哦，他这个电脑桌后面还有放个沙发啦，毕竟是租的这个。 房间嘛，所以他就是还是以他的生活平常的机能为主。哦，这边很多箱子，箱子应该后搬家比较方便嘛。对啊。他说图一的国军水壶是教招的时候带回来的，哎、欸，国军水壶在哪？啊，这个吗？可以吗？教招可以拿回来吗？这个可以拿回来吗？哦，可以啊、哦，啊啊啊啊，差一点，要不要什么？ 盗窃国军、欸、国军的资产，嗯，吓死了。受邀可以啊，个人用品，我基本上可以买吧。那个军用品店有在卖啦，一个、啊、一百多块，是不是一百块吗？蛮便宜的吧？我觉得那个那个那个水壶蛮便宜，虽然我之前是用铁的，我之前是用铁的，不锈钢的不能拿，对啊，所以我那个不能带回来啊。哦，又、就是一个有玩手游，哇，真的诶、欸，大家是不是都只买？是不是都只买不组啊？ 就是台南的十年老粉，他说之前有整理过一半东西，所以里面东西其实是有更多，然后他就应该是只有呃放放一些东西进来而已哦，并没有全部的。然后他说冷气后面刚好是可以放洗衣机的空间哦，所以这个是洗衣的空间，应该是小阳台吧？可能是小阳台。门口进来右边是浴室，哦这边进去是浴室哦，也是套房哎、欸。 所以这边是门嘛，进来这边是浴室，有厕所、浴缸什么的，说什么洗澡地方。然后这里进来就是他的房间，哦、嗯，这个视角不大啦，看起来不大，应该是台南市区吧。但是你的模型真的超级多、欸，哎、欸、哎，我我真的问一下，买钢弹模型是不是买到后面真的会只买不足？会吗？这这这个我不相信，他这个有主啊，因为他房间没有没有那么多只啊。 没时间煮，那没时间煮干嘛买？没地方放。在慢慢买衣服，都有穿啊，没有，也是挂到一大。啊，也是，也是啊啊，之后会升值啊，也是啦。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啦哦，当做是期货在玩嘛，哦，当做期货在玩。哦，桌子的话就是有一些，看来是主模型用的工具，茶模。 茶的魔手哦，这个是哎、欸，这个好酷哦，哎、欸，这个、很酷哎，Hello Kitty 的钢弹模型吗？Hello Kitty。哦,哦。花钱买了还要花时间组，那我不成了万代的盘子？啊？啊？<laughs> 对啊，哎、欸，电脑主机好帅哦，这台好帅哦、啊。可是呢，主机上面可不可以不要盖东西？你知道主机上面这样盖东西？ 那通风不良哎、欸，对啊，主机你这样盖，要不就没有散热效果了啊！你就算即便是水冷，他怕冷是不是？OK OK 没有不行，上面它有那有那个风扇，CPU 温度还是可能会过高，干嘛的？它它要散热啊，一冷，你干脆里面放冷凝算了啦，嗯、直接排到外面去。<硬冷 S 1> OK 好，然后他房间我觉得也是蛮蛮不错的床，床我说床头柜也是。 应该是，这应该是租的房子吧，是吗？是租的房子吧，所以应该是房原原本房东的那个吧，对啊，开放式啊，开开放式主机壳就对了。好，然后这个是新北板桥区的皮粉中二老张啊，这个是老张的房间。老张说他喜欢二次元的女孩子的仔仔啊，然后他是从 G T A 五就开始看。 的观众啦、啊嗯，模型柜是邻居不要的，刚好捡来可以放你的模型，那也太好了吧？你邻居他丢模型柜，然后看你这个模型收藏了一个东西，嗯，这是这个这个东西有点啊，邪、嗯、<laughs> 神佐助，哦、嗯，这上面一层灰，我的天呐、啊，你的凌坡凌都生灰了。 我靠，这砂石车，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怎么样？贴近真实版砂石车啊，啊，上面真的有砂砂石，嗯，哎、欸，这个这个收藏真的蛮酷的、哦，这个收藏也不错，收藏电车，还有这个办爱啊，哦，做旧化处理啊，嗯，这么说起来就合理多了，哦，哦，这应该是他应该是从小住在这边啊，上面有一些画，这个应该是小时候画的吧？对啊，有没有？ 那小小时候画的，其实也不错啊。他收藏蛮多的啊。哦，那冷冷气这样吹会感冒吧？冷气这样吹感觉会感冒，嗯，蛮容易感冒的。墙壁啊，没有啊，就就小时候的小时候的墙壁啊。小时候有时候有有些人就会乱画、啊，或或是干嘛的啊？对啊，不是蛮正常的吗？哦，这是衣柜，也是不错啦。我感觉也是不错。怎么也有这个军用手电筒啊？这两包是干嘛的？ 这两包是什么？可以问一下吗？<laughs> 卫生纸。然后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laughs> 我想问为什么要拍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是啥 <laughs>？这这这个意义是什么？喝 <laughs> 完拿去丢啦，靠腰哦，喝完就丢啦。啊、哦，他他,他,他的门口长这样的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这个房间还不错啊。嗯，就是。 它的格局有安排啦，哇、哦，哎、欸，哎、欸，这个特别，这个特别，哎、欸，这是 IKEA 家有在卖这个水壶哦，哎、欸，很酷哎、欸，哎、欸，这个这个水壶蛮酷的、欸，哦，哎、欸，这個、这个这个蛮酷的，我倒是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弄啊，这个是塑胶，它它可以用热水吗？这可以用热水吗？这这什么材质的？他说。 什么警示哦，嗯，仅用于什么水装哦，只能装人饮啦、啊，还、哎、只能装人饮。对对对对对，那这,这个只能装人饮，它上面有讲哦，不是、啊，我想说可以装热的，我想有买一个来泡茶干嘛的、啊，可以这样喝啊，器具不容易清，嗯，确实确实，对，这蛮酷的，我觉得 IKEA 应该下在卖这种东西，我很久没去逛了。 啊，他这个模型柜是这个啦。他跟他那个邻居捡回来是这个吧？哦，酷哎、欸！但是上面的灰也太厚了吧？你也亲一下啦！而且他凌晨三点拍的，嗯，你也亲一下啦。我的妹妹哪有那么可爱？哦，A 列车，哎呦，懂玩哦！A 列车、四帝国、终极动员令、英雄联队、超级大城市 XL。 模盘子市民精装版啊，盘、呃、子市民，这个是床套吗？是吗？抱抱枕套吧。哦，军用模型，看来也蛮喜欢军武的，不错啊。我觉得他也是蛮多的收藏。中文老张，好，下一个这个，光看建筑物格局，你就会知道这个建筑物格局很不一样哦、呃。因为之前呢。 我跟神龙啊，他那时候我们一起在打那个 DQ DQT 的时候吧，他那时候还住香港，还会打彩六吗？有有机会可以打一下。他他那时候还在香港，他他之后他就移民了嘛，他就移民了。他说他移民去英国，哦，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他英国的现在现在住的房子。他说呃，移民到英国两年多了。 暂居在堂妹买的新建半独栋的屋中的套房哦，啊，是，他就是啊、呃，这个是他堂妹们买的房子，在英国。不过他现在开始要去找自己的房子，然后去去买房子了，所以他就先没有收拾，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之前的，嗯，OK，好,好，我看一下，看一下哦，他这应该是在楼上吧？ 感觉应该在二楼吧，看起来应该在二楼，对不对？这样睡觉会有压迫感啊？不会啦，你有这么大的空间，你在乎的压迫不压迫呢吗？根本就没有差，好不好？对啊，跟香港比起来，我想他是从香港移民到英国，你自己想想看，他住香港跟住这里，你压迫感什么压迫感？这个跟大草原没两样，好不好？ 这大草原吧，哪里有压迫感？这已经多宽啊，多舒服，对啊，舒服多了。哦，哦，这个就是很很英伦风格，哈哈哈哈哈。他要看实况，可是他这样子会有时差啦，有时候可能就就看实况的那个时间点就是会有时差。对，哦，也是很不错诶、欸。哦，这边可以直接看到马路诶、欸，这边可以看到马路。 他把相片先转过来了。终于到我了，对呀、啊、t i l d 是在二楼，楼下是车房。哦，楼下是车房哦，就是车库啦，车库的概念。哎，感觉拖把。啊啊啊！一零三了，皮皮可以来个带点侵入性闺房感的订阅之歌吗？什么什么叫做侵入性闺房？嗯、谢谢你的订阅。 还不错啊，我觉得蛮这蛮、啊、没有给你睡壁橱就算不错了，但睡壁橱有可能收到霍格华兹的邀请信。那不是壁橱啦，那个是楼梯底下的橱柜啦。如果说你堂妹她让你睡在那个楼梯底下那种小小橱柜，你大概再再住个一年，你就会收到那个猫猫头鹰寄来的信啊、嗯，你就可以去那个霍格华兹就读啊。嗯 不错我觉得很好哎。他这个房间地毯还有铺，还有全铺地毯，很舒服啊。嗯，蛮舒服的。套房嘛，所以应该一个是什么衣帽间干嘛的，然后再加浴室，很大啊。我觉得这样蛮大的啊。其实这样不会很压迫啊。这样子其实不会很压迫。你看他床这样往天空看，他完全不用没有压迫的感觉，很舒适啊。而且一望出去就是街道，对不对？可能这算社区啦。平常车子应该也不会很多。 所以不不太会吵吧，嗯，很,很不辣呀、啊。老皮安安九十三个月了，我也要辉煌的订阅之歌，新加坡粉。辉煌的订阅之歌，谢谢 l o v e l o n Evil，感谢你。这样辉煌哦，靠 <laughs> 窑。我想住英国。哦，诶、欸，这个哦，啊，新加坡粉。 都订阅了九十几个月了，九十三个月了，啊！你怎么没有投稿一下你的房间？你有投稿吗？其实蛮蛮好奇新加坡的房间长什么样，因为马来西亚我们看过了嘛。这个这个大什么大便看星空，刷牙看星空，大便怎么看得到？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对啊，很很很不错啊，我觉得这很好哎、欸，这很好哎、欸，很这个我觉得这个房子这样子，它这个。 住起来就很就很有感觉，很像住饭店一样啊。天天住饭店。可是住英国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缺点，也、欸、感谢亚丽丝写定业，感谢你。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你知道吗？他如果想要买这个钢弹模型，还是想要买那些动漫周边干嘛的，我跟你讲，第一个是贵，第二个是超难买，好不好？超级难买。英国你要买钢弹模型。 你要买到就是最最新的什么的都不容易。新加坡房子跟马来西亚差不多？没有吧，差蛮多的吧？我感我我感觉应该会差蛮多的、欸。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房子应该会应该蛮应该差蛮多的，因为马来西亚很多都是一户建嘛，就是独独栋的，对啊，都就像独栋那种的比较多一点。新加坡有独栋很多吗？应该比较少吧，对啊，寸土寸金啊，新加坡，我看寸土寸金诶、欸。 真的超贵跟超烂，对啊，就品相会很少、啊，少很多。可是环境真的很好啦，我只能讲环境真的真的好很多。皮皮，我住加护病房也能投稿吗、嗯？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好英國對啊。英国对英国城乡差距很大，可是如果你喜欢大自然户外的话，其实会很好玩，因为英国你光英国英格兰的本岛其实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到处玩了。 啊，不会这样啦！你就祝你早日康复啦，好吧？祝你早日康复。所以你看，这是石膏板嘛，搭配木造建筑，这是只有在国外可以这样玩啦。对，这个哦，要有砖头，应该是石膏板，跟台湾就不一样啊。你台湾这样搞，那个迟早天花板被掀走。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快速带过，我现在只想快速带过这个告别。<laughs> 到底在干嘛啦？好烦哦、喔，真的很烦呢、欸。台南的平粉啊，台南平粉叫邪灵啊，邪灵。哦，现在住高雄，一个月五千八。那、啊、你电脑也太多了吧？一台，这是平板平板型电脑吗？两台、三台，然后荧幕一二三四，哇，太多了吧？对啊，太多了。 啊,啊，这啊这这是干嘛的？哦、啊，工作用是电工是不是？看起来应该电工吧，好像是电工哎、欸。啊，这边还有一个荧幕哦、喔，哇塞，哇塞，啊，主机是不会是这个吧？哎、欸，真的哎、欸，这就是会电工的人玩的花样吗？自己搞一个，我就不用我不用什么机壳什么的，不需要，对不对？整张桌就是我的电脑机壳。 厉害，真的厉害哦！还有这个啊，这样不怕，哦，这有灯哎，你这不怕后面的东西跟这个，不然是什么触电还干嘛的，对吧、啊、哦，它也是很多自己上，应该是工作用的工具吧，就是电电子零件啊那些东西啊，对啊。哦，板子还会自己哦，它还会自己画线，然后去升降型转接板，哦，它还会自己弄啊。 他会、啊、自己去弄这些东西，还蛮酷的、啊，电子科的吧？U N O，对，U N O、欸。哎，大家等我一下，等我个五秒钟，我去把电扇关掉，我现在冷的要死。看、啊、来是散热，冷气突然变冷了。哎、欸，感谢谢谢我们的 Monkey，感想天气会冷啊，很冷。 突然就冷了、啊，哦，没没错，没错，对吧、啊？我唐三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啊？他这好像在跑些指令，这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这个应该是 USB 是写什么程式让他去跑，是不是？对啊。二3三度没有啦。哦，桌上笔电。 他是桌上笔电这边接了一张三零六零 i 显卡，<laughs>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用法真的很特别，你知道吗？他个用法真的很特别，在挖矿吗？这是在挖矿是,是不是？是吗？那我其实不太清楚啊。是这这是在挖矿还是还还是就只是单单纯玩玩好玩的？对啊，像蜘蛛的电脑。 对吧？你看这个，这这这是怎样？还有开关呢、欸、s w i t c h 很伤器材，没有，他可能就是做测试或干嘛的吧，所以也也是不知道啊，对啊，嗯，可能真的蛮酷的啦，我觉得这个蛮酷的，三百三呃三点三 V 三点三 V，很帅啊，蛮帅的，你这个电脑桌跟床头。 还有跟这个床怎么风格差那么多啊？我靠，你这个你这个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个长这样子，那风格差很多哎、欸，这个反差你知道吗？强烈反差对比，完这边长这样，这边是这样，对啊，靠呗，<laughs> 你要说这个是你姐的房间，我完全不会觉得意外。<laughs> 公私分明。资讯科也会叫这些电子。<laughs> 哦，是哦，哦，感谢我们的枪弹辩驳世界。感谢。嗯，床上睡觉的地方没有，他说床这边是有一些，他可能他朋友有时候会来这边睡，所以他有两个枕头啦，对，有两个枕头。哦，平常床头东西他妈妈放的啦，哦，所以这上面是他妈妈放的东西。两个世界啊，你看这对比真的超好笑哎、欸。 这样对比真的超级好笑，好吗？这样，然后这张中间有一条那、這个北纬多少度线啊？嗯、南北、嗯，南跟北，势不两立。北纬三十八度，三十八点五吧。好，然后下一个，哇靠，你这个房间也是很 special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脏话的皮粉，脏话皮粉。 回家没跟到你的房间哦。最近刚好分手满一周年了，跟老大聊天。瓦刚回家没跟到我的房间，突然想起来最近刚好分手满一年。去年老大和聊天室安慰了我五分钟，很快就走出情伤。大家真的很暖，Q 的感谢大家，我现在过得超级好。OK 的，所以那个真友是真的，是不是？你不是说他真友，是真的要去真友。 看一下，不是你这个房间格局也很 special 哎、欸，这什么东西？他说他是住脏话的皮粉，哦，脏话皮粉，对啊，这個、也好啦，我觉得过得开心最重要啦。这样很好啊，就是你的未来嘛，就是不要因为一些人生小小的插曲，然后就一直很难过嘛，哎，反正就是日子都过下去，开开心心的过也是一天，很好啊，这样我觉得过得很好，不错。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脏话皮粉，他说从我跟老坏玩那个《Day Rising》开始哦，超过十年了，这算是电脑房？电脑房？啊？还好毕业没有接失业工作，马上就衔接了 OPC 七七七，OPC 七七七，OPC 感谢浪猫人,、欸、人，感谢，对啊，是。 三个电脑是你一个人玩三个是不是？还是说家里面的一起用？他他家是呃脏话那种标准透天房间啦。所以就是这个是他们在市区这种透天处哦，可能要开冷气，关系有这种有用有用这个塑胶这个吧，把它拉起来可以把那个冷气关起来哦，所以应该有分好几间，这个应该是下面那个楼梯啦，哦应该是去,去下面，那、啊、这边怎么又有一个窗帘呢、啊？你们家的窗帘一二。 三四哎啊，这个算一个好了。一二三呢？啊一啊三。然后这边应该是顶楼，它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移动式冷气啊，不然会弄起来像三温暖。他说这一层楼加起来有十台电脑，有十台电脑。这边应该是他常用的电脑吧，对不对？一台啊，十台电脑。这这个哎。 哦，这边还有，不是电脑也太多了吧？这电脑很多哎、欸啊，这边有一台，那、啊、这边应该是他在玩那些 Power 或者什么有的没的吧？散热、笔电、园区没有，不要乱讲啊！什么园区？他说，因为他很喜欢去买二手的电脑零件回来自己组装，然后改造，然后。 呃，他就是弄一弄之后呢，有点像个人电脑工作室，对，所以看起来很像矿矿场，但其实不是啦。对，他说他曾经有靠这个电脑的一些东西哦赚过一笔小钱哦，还、啊、有靠挖矿哦、啊，他说他之前是我在挖矿啦，他说换算电费根本就没有赚，他就收手了。然后还有个白色超场延长线，从楼下。 差了一个，因为他他楼上应该是没有那个高幅数的，所以他就拉一个超长延长线从楼下拉到楼上来，然后给这个移动式冷气用的。可是我是这个吗？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接的也靠要这个？哎、欸，他这样接会不会有？应该应该不会有事吧？地线这样接会會,会有事吗？地线这样的话。 接地线应该不会哈，哦，哦，平常就这样把它关起来。我靠，这东西真的很多、哦，这边还有啊、哦，这就平常睡在这边哦，哦，平常睡在这里，然后这边就是有很多电脑嘛。那你这样很忙哎、欸，一下要跑到这边用，一下要跑到那边用哎、欸，对啊。哦，一台电脑他妹的啦，一台电脑他妹妹的。他说他用了双萤幕之后再也回不去了，他说他的。 他的梦梦想是要用三银幕加曲面。哦，啊，你睡这边吗？你睡这边吗？哦，所以他说他有一些东西也是他捡回来的啦，就是像有些零件是去捡回来或者去买回来的。这是床吗？这是睡午觉的地方吧？那个是枕头啊，是吗？<laughs> 我也不知道，哎，我我现在我满脸困惑，我看你这个房间东西很多。 资讯量太多了，我现在无法消化，你知道我真的无法消化。你们有谁可以消化完的？我消化不了，我无法消化，我脑袋有点宕机了。<laughs> 对，后面还有诶、欸，看这很夸张诶，他在后面还有诶、欸。他家其实很大，脏话很大。哦，妹妹的部分，你说把妹妹捡回来，妹妹是捡回来，你听你们乱讲。好，各位啊、哦，这一间。 一看就知道了，你们猜一看这是哪里的房子？你们这样猜得出来吗？猜一看，这样猜得出来吗？哇，他,他应该是跟别人一起睡哦。新加坡不是，南部不是啊，南部怎么可能就住这样子的？不可能！我跟你讲在哪里，他在天母啊，这是天母的观众啊。 好不好？光看这个地板，我就知道这个不是一般人的地板啊。那瓷砖一般都白色瓷砖嘛，这不是白色瓷砖呢、欸？这不是白色瓷砖呢、欸？这个是那个诶、欸，不知道是大理石还是还还是什么瓷砖呢、欸？对啊，哦，这个这个是应该是之前有贴什么胶之类的吧？对啊，天龙人中的天龙人，天母啊，天母啊。 他说：，呃，目前跟家人一起住，三代同堂哦，家里面是七房两厅，住天母，然后七房两厅，然后大小这么大啊、哦，他房间他房间这么大，就从刚才那边嘛，哦这边，然后站在他床这后面的話，的这样，这边还有一个衣帽间，哦，天龙人中的天龙人，跟鬼一样，啊、哦，真的不开玩笑，跟跟跟鬼一样，OK，然后他还有一个。 那个收藏啊，啊啊，还有他的电脑桌啦，电脑桌。但我看我要我要怎么把它切回去啊？因为我每次跳下去的时候，我要再切回去，其实还蛮蛮远的。好，大家先等我一下，我先把东西切回去。啊，有了有了，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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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看那么多个了，对、嗯，今天蛮多的。对啊，今天看的蛮快的。 哦，哎、欸，你知道这样子一组做起来要多少钱吗？不便宜哦。它这个收纳，这个不是一格一格的啦，它这个是打开，只是造型看起来像一格一格，但其实它这个是对开的哦，对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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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便宜哦，这不便宜哦，什么才十？加上面这些东西有的没的，是系统整套做的，怎么可能才十？想太多，怎么可能只有十啊？看那个木头这样弄一弄，闹柯林。 哦、所以他这个是他他跟他弟弟一起用的，哦，还还不错。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其实兄弟这样睡是也是挺不错的。哦，有一些他自己的收藏，哦，龙卷，龙卷。那、啊、这里面呢？这里面是妹妹吗？还是怎么样？衣帽间？那、啊、怎么样？还有一间？就是这个，他这个里面就没有拍了，对啊，里面里面就没有拍到，比较可惜一点。哦，就是公，他这个桌子看起来就比较比较呃朴素一点啦。 比较朴素一点的桌子，啊,啊这啊这什么东西？哦，这个是 VR 啊 VR VR VR，我想说這是什么东西？<laughs> 怪怪的啊 VR 套子啦，还有还有接套子啦，哎、欸、哦隔壁那一间的话，模型他弟弟的收藏啦，哦他弟弟的收藏，VR 啦 VR 啦防滑防滑，好下一个。 这个是宜兰罗东的观众啊、哦，宜兰罗东的观观众，他说房间只有自己一个人用，嗯，比较特别一点。然后我大家看一下啊，他这个他这个房间呢，哦，采采光很好哎、欸，宜兰罗东采光都那么好的吗？不不，哎、欸，不愧是偏那个东北部，哦、嗯，采光很好，哦，很亮哎、欸、哎、欸，好亮哦，哎、欸，很明亮哎、欸，为什么？ 东部的这个太阳照射就觉得哇，好像特别特别的明亮，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欧洲的感觉，是不是？<laughs> 对啊，你看它照起来就很舒服诶，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啊？对吧、啊？童声跟真岛，为什么？为什么？台风来就知道了，确实啦，确实。然后他说，呃，墙壁窗户上面贴了很多 PP 板啊，这个啊，啊这个吗？ 哦，他还有他有贴这个啦，他有贴这个 PP 板，然后有留一点点可以看外面，可能是光线太太高还是干嘛的吧。家人说夏天可以降温，冬天可以保暖哦，真的有差哦，有吗？这样有差吗？P 板这样哦哦，所以他是贴了 PP 板，光线才变这个样子吗？贴还那么亮、哦，我觉得他如果不贴，搞不好会更亮诶、欸。对啊，你看这个是窗户直接打开的样子，就是没有 PP 板。 是超级亮啊，有贴稍微光线柔和一点，所以应该真的有差哦，真应该是真的有差，对吧？嗯，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差。然后他说以前失恋之后意外接触追星了，发现对心情很有帮助，追到现在主要花费都在追星跟游戏上面哦、嗯，也是也是法拜啊，马戏北拜。那、啊、为什么失恋就要追星？ 这两两者之间的连接应该就是意外促成吧。魔电联盟，哇塞，他是喜欢看小说啦，哈、哦，蛮蛮多都是小说的。魔电联盟，猎魔士，嗯，猎魔士，伊藤润二，2, 这个我也有一整套，嗯，神力女超人、小丑、夜行侠，都、就是 DVD 吧，那个都都是 DVD。他应该蛮喜欢 DC 的，嗯，他是属于 DC 派的，好不好？超人。 漫威不值得一提，有 <laughs> 现在要这样子吗？现在要这样吗？我还有还有电视机放在这里，还不错啊。啊，房间真的蛮不错的。Dark Soul 大颗寿司，嗯，这三小啊，对 DC 粉有品味。银翼杀手哦，懂看哦。银翼杀手有没有？银翼杀手啊，全面启动，刺激一九九五。 哦，懂看懂看懂看，对那大家这边给我看到，不然給我看到那个什么哦，《哈利波特》这边看到什么什么复仇者联盟说敢，直接就打脸，是吧请问要去哪边投稿呢？啊，还是脸书呢？老人也想投稿。呃，投稿的话，下一次了，因为现在暂时已经截止了，因为太太多了会看不完。哎、欸，感谢松大统领，下下一次吧，下下一届，下一届，下一届。下一届、哦、如果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再。 会公告给大家。如果你这次没看到的话，就下届在一起，因为不然的话真的看不完了、啊、我们是可能再弄下去，我跟你讲，真的要看，要要看整个月啦。我们要看整个月了。老皮，我是刚刚说真有，的，请问有颠覆你对女皮粉的认知吗？颠覆我？我说是跟你学的，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是你要真有，不是刚那位女观众真有，是不是？ 啊、哦，我以为是盖，另外一个是说他要真有啊，哦，不同人，不同人，不同人，啊，不同人，真有，我觉得不错啊，你的房间算还蛮还蛮不错的啊，对啊，我们刚我们刚有稍微看一下，啊，所以有有真到了吗？你有真到了吗？好，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是嘉义的观众，哇靠，你跟盖那个人可以认识诶、欸，这个嘉义跟罗东观众两个人收藏，这个刚好刚好可以搭在一起啊。 对吧？刚好可以搭在一起，<laughs> 是不是？看这场这么刚好、啊、哦，哎、欸，好帅哦，好帅哦,哦！他桌布这样弄，其实这样也蛮不错的。我也想要弄一个荧幕，像这样放，感觉是挺挺好的。嗯，小兄弟，卫生纸用很凶哦，还好吧？这不是只有一包而已吗？应该还好啊。 哦，大姚哎、欸，哦，有有在玩格 g 哦，大姚他说他去年终于组了一台电脑，想放三影幕，但是因为主机没办法放地上，所以就只能放弃了、哦。OK，不错啊，我就是他这种一体柜其实很舒服。看这个人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你家人看到这个时候有有有没有讲什么？我蛮好奇的。对啊，不知道有没有讲什么？哎、欸，很棒哎、欸，嘉义。 的观众家里面还有阳台，而且落地大窗户啊，舒服，真的是舒服啊、哦！这边他放了大有，发，他大大的放在这里，空间很大，这空间非常非常大，而且实木地板哦，实木地板，实、哦、木地,地,地板踩起来很舒服的、啊，冬暖夏凉哇、哦！而且它是两面两面环窗，它是算算是角落的房子吧？ 感觉应该是独栋透天才有办法这样弄，或者是做他家里面住边间吧。我觉得独栋透天的可能性应该高一点，采光很好，有没有？就这样子，然后底下这整个系统这样做起来很舒服啊，相當相当舒服。这间房子很棒、啊，因为是一排模型嘉义，嗯，嘉的观众，其实你要讲说民宿我都信啊，是不是？哇，收藏很多呢，我、嗯、这些收藏。 约会大作战来，我看到约会大作战，现在收集超级多的哦，我十八集哦，十七、十、哦、八、十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约会大作战，啊，然后呢，啊，游戏人生呢在,在哪里？还敢不买游戏人生啊？给我去买游戏人生！哎、欸，靠腰，这个东西是这东西能播吗？应该算了，我们不要不要看那边去。 对啊，给我去买游戏人生，你这样真的不行哦。哦，安内真警甲型母汤，我们异端审判，我们现在是这个宗教审判员、哦、宗教审问官。好想跟家人一起住哦。哦，他说、這個、哎呦，还有那个魔域幽灵呢、欸。哦，还有这个阿阿好姨的哦，不知火。下下面不要，下面不要，下下面下面先别露，那个露出度有点大。我整不住哦。 哦，还有一都还有那更衣的那个放衣服的那房间是不是？这个应该是衣帽间吧？哇，你这个应该是真的就是独栋透天了、啊，才要帮你这样弄啊！而且你看它另外一边这边也是，所以它是就是真的是别墅，三面现在已经四面了吧？四面都有窗嘛，都没跟别人联动嘛，对不对？四面四面都是那个对吧、啊？你看这边一面嘛，这边一面嘛，然后这边的对面就是背面那边也是有一面，因为那边是厕所嘛。 然后走廊那边也有一面嘛，对啊，这个就是民宿规格了哦，民宿规格很猛啊，嗯，对啊，和雅兰，和雅兰，善村哦，呃嘉义哦，我也不知道，可能嘉义的话，有些乡乡下地方，如果他他们那边是地是自己的，其实这样盖也还行啦，也比你去台北买那种东西还来的便宜太多了。 啊，然后这个落差有点大哦，但是我觉得主要这个落差大的原因应该是杂乱吧，嗯，杂是杂乱了、啊，反差没有，就是因为杂乱了、啊。我觉得有没有收纳还有差啦，其实我个我个人觉得新家跟旧家其实有整理的话，差距没差很大，其实差距没有没有很大，因为有些有些住老房子，可是他收的很有。 很有感觉，就是整个弄起来古色古香，或是收收的很好，其实也是会蛮不错。但他是他是住新竹的啦，他说他说前面有投稿过了、哦，他说前面有投稿过，但是看到大家的作品想要分享。对，啊，我想要这间房间不是看过吗？好眼熟，我想要看过啊。他说想分享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是他搬到新家之前的旧家，他跟他哥哥三个人，他有两哥哥吧，三个人一起一间哦。 他真的有投稿过，然后他新家的他看过了啊，<30? S 1> 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看他，我们那时候看他看他新家，新家蛮漂亮的。然后这是他旧家，就是老家老家。然后哎、欸，感谢谢谢我们的爱斯，感谢你在老家。然后因为三个人睡一间嘛，然后也睡很久，所以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然后小时候三个人挤一间的一种比较有回忆啦，就是那种很怀念跟哥哥。晚上好，老弟，去凌云刚玩咯。凌云刚玩哦，啊，注意安全啊。 祝你玩的开心，凌云刚很应该一诶、欸，当天有办法吗？还是要还还是要隔隔一天？当天应该可以吧？凌云刚有到，应该是当当天有办法下来嘛？OK，好了，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啦哈，这个，然后他就说，因为前面太多都是，还有他新家也是比较漂亮风格，他们就弄一个叙利亚战损风，什么鬼东西？ 叙利亚战损风告别，然后还有他说这边还有还有养斗牛犬，斗牛犬的话也会破坏他们家里面的哦，这个嘛是斗斗牛犬弄的，是不是？哈 <laughs> 哈看，确实是还蛮战损的，不过这是因为他他他的旧家啦，他是他旧家、嗯，但是很怀念啦，非常非常怀念。然后窗户贴黑色的板子是因为以前跟哥哥吵架乱摔东西。 窗户在哪里？我看一下，这个吗？台挡哦，这个吗？哦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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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以前跟哥哥吵架乱摔东西，把窗户打破洞，然后窗户底下是养斗牛犬，那时候斗牛犬会去抓背，或是用屁股去蹭。看这个是战损风诶。我老实讲，真的战损风，嗯。 真的是真的蛮，就很多回忆啦。毕竟是老家嘛，虽然他们现在搬新家，但就是因为老老家，毕竟还是有跟哥哥三个人挤一起，就是没有隐私权啊、呃，比较没什么隐私，但是就生活感嘛。他说八卦镜是他以前以前睡的房，以以前睡的床，然后哎、欸、哪一个、啊、八卦镜的床是哪一个？这个还是这个？他说床上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八卦镜。 说古人对古人觉得镜子对床不好，那为什么八卦床上面要要镶嵌镜啊？这个吗、啊？对啊，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个镜子啊？嗯，就很有故事的房间，我觉得这间房间蛮蛮精彩的、欸、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是因为三个哥哥，呃、欸，两个哥哥跟他嘛一起睡，所以你看他这个就还有这个小门帘，其实也是蛮酷的，就我自己独属空间，像秘密基地一样，就兄弟嘛。那但是大家住一起还是有希望我自己独有空间。 对吧，他就是这几个秘密基地，这样，嗯，他说他现在搬新家，因为他跟哥哥已经分开睡了嘛，嗯，但是还是觉得哎，怀、欸、念以前那樣的生活，嗯，不过现在叫你们再回去睡这个你、啊你，你们应该也不愿意了吧？对吧？你们你们还愿意吗？都有新家可以睡了，嗯，<laughs> 他这个这个真的超级久哎、欸，中华民国台湾省，这时候还是还还没废省的时候啊。 还没动神的时候，这个超久哎、欸，这真的超级久的，嗯，不错啊，这个这个我觉得蛮蛮有故事的，这个这个房间就很有故事，算是耳目一新，好吧，耳目一新，挺好的，挺好的。好，然后下一个是高雄的观众啊，这个是在逃的房间，他说住高雄。 家房间是家人租的套房，所以房房间很小。不过、啊、我觉得其实他房间也是看得出来，也是蛮会整理的，对吧、啊？算是蛮会整理的人。哦，哎、欸，感谢 SOS 谢丁燕，对吧、啊？就蛮中规中矩啊，很会整理。哇，新奥流素云布哦，可可 T 可可 T，好看，好看，喵。 看好看，哦，啊你有啊你常常看看他打嗝，盖你自己没有打，哦，不要再看这个啦，发疯诶、欸。那皮桥牌，你拿着看皮桥牌干嘛啦？那头壳撞到了，这些人真的是哦，发疯啊，还不错啊，我觉得房间还蛮不错的啊，这个这个房间格局就是，呃，怎么讲，比较。 简约吧，简约风格，因为空间不大嘛，所以他没办法堆太多东，堆太多有的没的东西啊，还蛮还还蛮不赖的。棉被挡窗户哦，应该就是窗帘吧，把它当成把它当窗帘用啊，也是不错啊。好，然后下一个哦，下一个哎、欸，这也是高雄的观众啊，然後他说他接手祖父母的老透天，他自己慢慢修缮啊。 哦，然后重新拉水电，本来想说慢慢弄，结果没想到是大工程，天花板、墙壁什么凿开，然后又请水电师傅拉民管急救，后来又重新规划，哦，所以他就是这边是民管啦，弄个民管，哦，所以他就自自己又重新把那个老房子老透天，呃，装装装潢重新弄过，哦，自己慢慢弄这样子，很厉害，我觉得这样弄得诶很酷、欸，哎。 老房子，然后他重新弄过拉皮呀、啊，干嘛的？弄弄成这个样子，很酷啊。可是他说高雄男粉，嗯，但我我我,我先喝口水压压惊。嗯，对啊，他自己说是男的，的确、嗯、<確>啊，嗯，<coughs> 看来是。 大飞哥啊，大飞哥 <laughs>，这给你认识一下 <laughs>，干嘛干嘛啦？干什么干什么呢？对啊，是是男男的吗？哎，对啊，他他的介绍也，他写说高雄男粉啊，他的 D C 也说他还是还是说是，我看一下。 啊，床也是特别弄过的，这是男粉的房间吗？哎、欸、哎、欸，我看一下，对啊，看起来不太像，<laughs> 还是说是女装大佬？也没关系啦。他说是女装大佬。正所谓女装大佬，啊，呃，那女装大佬他感感觉是真的穿穿著穿着是蛮有格调的啦，呃，穿着是蛮有格调的。哎呀，自己弄那个房间，我觉得很棒哎、欸。 这个真的超级棒嘞，兄弟你好香，对啊，这个真的超级棒的、欸，对啊，很这个这个这样弄起来就很像台北还是哪边的那种旧巷街角。城里人真会玩，你不觉得吗？女装也很棒，兄弟有事请转身，很好啊。啊，为什么裤要这样放？知道知道，诱惑西德是不是？ 啊，这是什麼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要诱惑习德用的吗？习德看到这个就受不了了，嗯，他看到这个他就他他就受不了了，嗯，很好啊，我觉得这个这个蛮不错，哎、欸，看这个真的很，这是真的很猛哎、欸，这是我觉得他自己自己这样弄一弄真的很猛，虽然这个是应该是壁贴啦，这不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砖块、啊，可是这样弄起来真的很好看、啊，然后那张漆完，块地板木木地板这样弄，很棒哎、欸，真的很棒，哦，这个受教了，受教了。 啊，有 IG 吗？看你们这些人真的有个变态，干什么干什么？男粉男粉是不能这样，是不是啊？不能吗？干什么干什么啊？好，然、啊、后这个是桃园大溪的观众，啊、嗯，天花板是上次台风天，然后漏水之后发霉，哦，所以你这个漏水就有点麻烦。它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屋顶吧？落差太大，我觉得还好，主要是。 它这个人是因为它上面这个是有装那个吸顶灯嘛？什么？就是那个呃、欸、天花板上面再加一层夹层，然后把灯藏在上面。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上面这边有积水，才发霉变这个样子。不然，其他这个装潢看得出来，这个房间算是呃日式，有点、有点、有点偏日式啦。然后。 弄起来其实感觉是蛮新的，我自己觉得这个蛮新的。你看看这个，你看这边，对啊，这都蛮新的啊，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这边漏水啦，刚好台风天的时候漏水。对，哦，床是这样子的，其实蛮不错啊，我觉得这个房间蛮不错，除了这个这个衣、e,，就是这个是衣、e、架吗？<laughs> 这是衣、e、架吗？它是请问这是四 K 衣架还是二 K 衣架？还是只有一零八零 P 衣架？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这个衣架单价是蛮高的，人家一般衣架大概都几百块就有，这个单价可能要破万的、哦，破万的衣架。哎，哈哈哈哈哈哈！二十四十 K 七二零 B，哦，还有在听那个、哦，还有在听音乐的，嗯，这是那个真空管子吧？那不便宜，而且还有吸音的啊，他、啊、这边特别弄过、啊、有吸音的，很酷哎、欸。 啊，这个有人要认识吗？你们刚才看到真理裤就这么兴奋啊？这个呢？这个这个你有兴奋了吗？是 <laughs> 什么东西？没有，不兴奋是不是？消防员吗？是吗？我记不太清楚哎、欸。也，交警好像也是这个这样的衣服。毛巾吗？不是毛巾吗？深刻体会到，s 人的血迹有多难处理。刚从背包掏钥匙，被自己刮胡刀割到。 从电梯到我家门口，地板都是血。呜呜<唉>、呃，我现在还在努力止血中。我看到好多可爱血小板。你保重哎、欸！不知道为什么拿刮胡，就会在背包里面放刮胡刀啊？哎、欸，感谢秋璇。我跟你讲哦，玩音响的，然后不想说什么玩音响，穷一世要小心啊啊、嗯！这个还好啊，这个该该是。 稍微入坑，还还没入到很很深的坑啊，这个还好。但是玩音响真的超级贵的，好。然后下一个也是在写作文的，高幺，你这写作文哦。我看一下，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应该是刚才那位高雄观众的房间，真的蛮精彩的，就是我觉得他的呃房房间弄到是真的很特别这样子。 他的房间真的蛮特别，OK，好来看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切一下，好，然后这个是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呃、欸、更营养蛋饼的啊，<laughs> 更营养蛋饼，他哦在玩实况游，你玩太多了吧？风之谷，然后又玩实况野球，然后这边又玩。 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啊，玩了好几个，一心多用、欸，哎，真的很猛。而且这台讲台都是双荧幕、三荧幕，在那边一心多用。那你单荧幕，单荧幕塞这么多、欸，哎，底下还有一个、欸，哎，这边还有一个、欸，哎，这里还有一个、欸，哎，真的很猛、欸，哎。夜孝素，睡眠促进，这个有用吗？有人吃这个东西有用吗？ 那、啊、为什么这个书跑颜色很特别？这书跑颜色超级特别呢？对，他说这现在目前是住在学校宿舍，这学校宿舍啦，所以他不定时会从台中、台北、宜兰三边跑。所以电脑的话，就是先啊、哦，所以他这个边是宿舍的电脑，上面这个是床啊，怎么样？哎，还有他,他有他的作业，学他学日文，嗯，学日文，好、哦。 然后这边也是那个吗？嗯？啊？啊？啊？是女装大佬吗？应该不是吧？看样子应该是女孩子。然后取名叫“更营养蛋饼”哦。莫你在卡哦，你，我一直以为“更营养蛋饼”是男生，你知道吗？我想说，看这没没事，这个名字取叫什么“更营养蛋饼”。 然后每次我在念念那个说他订阅说哎感谢更样但比如说是靠腰取这个 ID，看你那取的什么奇怪的 ID 啊，真的是，还是他是女装大佬啊、呃，女装大佬吗？啊、呃、啊、呃，是原来是女装大佬部分啊，OK，、欸、好派的 ID，对啊，哦这是在他家吧，在他家里面啦，他家里面，嗯、呃，上面因为上面那前面两张是宿舍嘛，就宿舍，啊、呃。 有人说分享照片常常会有皮粉质疑是固定在它后面的，澄清是绑带式啊，所以他他他不是插在屁股上面的嘛？<laughs> 啊，女装大佬啦，应该是女装大佬吧？对啊，女装大佬哦，还有在玩 PZ PZ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哎，对啊，女装大佬吧？是吧？应该应该没错吧？我记得好像是没错吧？是啊，我记得好像是好像是女装大佬的样子，应该是应该是。 对了对了，应该应应该是吧？哦，我我我的实况啊，对啊，那边在那边，那边 <laughs> 女装女生房间一定不会这样，他应该是宿舍吧？好像都放宿舍，宿舍比较多了。因为如果放放家里面也，也也也不清楚，这就不太清楚了。对啊，还有彩材，喂，哎、欸，皮弟，什么女装大佬？ 有啊，我们刚有个女装大佬的观众啊。哦，啊、我们刚才，我们刚才大楼火警、啊。真的假的啊？有没有怎样？没有，它又坏掉了啦。哦，没事啦，没事啦。好啦下一个高雄的观众，高雄观众彩彩很可爱啊，加分，给你一百分啊啊！不是女装大佬的部分吗？没有啦，黑彩啦，那个是黑黑色柴犬嘛，刚才那只黑色柴，刚、哦、才年纪蛮大了，那感觉刚才那只年纪蛮大了。 女装大佬都是为我准备的，为皮弟准备就好了，好吧？来啊，撕啊，来啊！你自己去那个、啊、IG，<laughs> <laughs> 什么啦？IG 啊！哦哦喵，他说他住高雄，高三的时候搬到现在的新家，然后升大四，大学生的房间。Oh, 我在玩音乐。哎、欸，这个这个棉被我也有，哦，这棉被我也有。哎、欸，我的公司床单用这个床单呢、欸。 啊，你哦对啊，你就是你不是用这个床单吗？对啊，<laughs> 这个床单，诶、欸，是蛮不错的。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房间就也是蛮不错的，就窝窝心小空间。然、哦、还特别弄一个隔板把这个、隔开、欸。诶，你这吉他也太多了吧？两把哦，两把两把，两把一把贝斯一把吉他。嗯，然后再看这个洗脑影片，然后,然后弹然后弹那个贝斯的不用不用插电也不会有人发现。嗯，然后这个延长线。 OK 啦，OK 啦，嗯，但是电脑最好是分开插，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电脑主机单独插一个，然后其他东西什么荧幕什么的，然后再用延长线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电脑的瓦数会比较高嘛，尤其是如果你用高阶的显卡干嘛的，它这个最好是直接插一个，然后把延长线的这个东西就是留给其他的设备，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嗯，那、這个我我我自己的建议啊，我自己的建议，东西很多诶、欸，这东西是超级多诶、欸。 他、啊、怎么大家都要握力气啊？为什么大家都要握力气啊？为什么？嗯，哦，这个也是系统的，就應該是应该是可爱、哦。他眼睛颜色是有点绿褐色的，的色、嗯，绿色的。哎、欸，如果他如果他把眼睛闭起来，会看不到他、欸。哎，他床单如果弄黑色，就可能看不到。对啊，会消失、欸。哎、啊，可愛他说林林“玲玲<愛>”，然后你就看不到他。 握力器跟冰霸杯就是标配。好，下一个是竹东的皮粉啊，竹东。他说他的房间说乱不乱，说不乱又很乱。他搬进来半年了，哎，又是个女装大佬。你看他有那个哎，啊，这的是女装大佬啊。这这也是女装大佬，对了，对，就确定系了啊。四 X 什么四 X 三小弃儿嘛？我记得弃儿好像是吧，对不对？对啊，之前看他有。 这你看到有他，还有他有在剖那个吗？有啊，他连接点进去会有很多神奇的东西啊、呃！神奇是可以见人的还是不能见人的？应该可以啊，啊、呃、可以的，大尺度的哦，可以就还好了，可以就还好，怕是不能见人的会有点会有点那个竹东是不是？竹东不错啊，我觉得他房间其实这样弄起来还蛮不错的，就是呃棉被没折啦、嗯，但是棉被没折也还好啦。 嗯、欸，棉被没折还好。有人说棉被不要折，就是铺平就好了。铺平其实比垫翘那么高是正常的吗？嗯，这样比较舒服啊，这样打比较舒服啊，是吗？气儿尺度太大不可以哦、喔，真的假的？原来西德看过、啊，西德你看过就对了，他的尺度比较大就对了啊。那我们不要，我们我们我们不要看，因为我怕我怕看了大家会出事情啊。那我们就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呃、欸，这个。 有有有些东西不太适合露出了哦，这个也不太这个我看看得出来，它有一些应该是 cosplay 吧，感觉 cosplay，对啊 c o s p l a y 比较多一点。哎，它这个很很很聪明呢，自己放一个这个，这是租的房间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租房吧，对不对？然后有个小电磁炉，而且平常应该是吃外面嘛，对。男粉看过都一起进柜子，的、欸，三小啦。 啊、那延长线也是很可怕的啊！对啊，这个嗯，自己小心一点。电热水壶这么这么多女装大佬，这样不好，请私信我，让我好好批判你一下。c a p r i t 干啥干啥？想加 DC？进啊 <laughs> DC！这是他自己有贴哦，不是你要故意要看的。啊、老大粉丝也看也没差，女装大佬了吧？啊、老大是，你是不是有女装吸引力啊？<laughs> 你你听一点咧，我听一点放走去。 啊，下一个是新竹的观众啊，这是新竹观众跟家人一起住透天，哇，好棒哦！哎、欸，这个这种窝心小空间，我真的超级喜欢。我就很喜欢那种窝心小空间，就自己的一个小小天地这样子。然后你在里面就很舒服啊，那天在外面一整天工作还是读书累了，回到这边一坐下来，耳机戴起来，就是在自己的天地里面啊，就那个可以好好的补充能量。 啊、哦，很棒啊，这个感觉很棒，而且他整理的很好哎、欸，整理的非常非常好。他说房间有其他家人的东西不平，不方便拍，他只能拍电脑桌啦。还有这个哦，这个很贵是不是？这个这应该是个超贵的吧？陈唐不跟那个谁啊，跟那个检察官怎么遇见了、啊？是不是？老大晚上好，刚下班好久没跟台，哦嗯七七哎、怎么一点进来都是女装大佬？ 老大，您有头绪吗、啊？没有，跟我没有关系，不要胡说，跟我没有关系。有绘图版，对啊，很好诶、欸，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这样弄一弄还蛮不错的。不过他就是因为他其他地方就是他的那个啦，所以就没没办法铺太多。哦，这、就是他房间的那个图，哎、欸，很好哎、欸，他就是一个也是蛮喜欢自己的空间用到极致、啊，弄弄到极致的。 井然有序，哎，有钢弹只只买不足的，哈哈滴小子，哈哈 <laughs> 大家都只买不足，你你们哦，哇，好大哦，独角兽对不对？独这个独角兽啊，看这个角就知道了。哎、欸，感谢优子，啊、呃，又这样子，感谢，阿根想说，一亿，一个亿，一个亿，算是蛮特别的收藏啦、啊、因为。 刚才我们看到逆转裁判的大部分没有收藏那么多，都都只有都只有，只有就是可能一个海报或干嘛的，或或是游戏嘛，他是收藏超级多逆转裁判的周边啊，妈、呃，这边全部很一大堆都是，然后还有一层余生啊、呃，一层余生，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在这是第一个收藏一层余生周边的人，嗯、呃，原子小子，对，一个加力量，一个加火力，一个加智力，加幸运，这加幸运啊，加幸运啊、呃，这个是加幸运的。 因为我们是逸城影城老粉、嗯、水桶是装漏水用的吗？哪里啊？我没看到水桶啊，这个吗、啊？对啊，为什么这边放个水桶？这上面会滴水，是不是？这边会滴,滴嘛？你要拿去倒、欸，哎，对啊。环球影城的星星哦，OK，他的杯子哦，你说用这个喝水是不是？就是口渴然后再拿来喝这样，你这喝水量有点太大，安安呐，安安。 喝水有点太大哦。好，然后下一个是台中的观众，台中观众，他说他跟他老婆的房间，然后平常下班就在躺在床上面耍废，哦，还有投影幕哦，躺在躺在这边耍废，然后看直播啊、追剧啊，有没有小？哎、欸，有了，总算有小玩一下乐高的。他说有没有小玩一下乐高，但是没想到坑很深，搞到放不下，所以买 k i、KE、a 的成板架来组装哦。 然后房间还放一百寸投影幕打电动，但每次要移开要开衣柜都要移布幕，很智障，嗯、所以就放楼下。嗯，然后上面有很多老婆的玩偶，老婆都只抱熊不抱他，干在放放散。然后大量钢弹模型收纳在喷漆室、哦，还有喷漆室哦，他有喷漆室，好啊，的期待你的分享哦。你这个也是很很猛哎、欸，很猛。 我、哦、还有临时架，哦，这个很棒哦，这是他讲他讲那个，他把它放到客厅的投影幕啦，嗯、然后这边是他那个房间，就房间，他跟他老婆生活的空间，旁边放个电视，嗯，啊，这个有 PS 四跟 PS 手摇杆，哇，霍格，哎、欸，这是霍格华兹吗？应该是吧，看这、那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别塔，别塔，哇，有这个云霄飞车，乐高云霄飞车。 你这玩的坑很大哎、欸，这算大坑哎、欸，算蛮大坑的。这是小小朋友的那个吗？小朋友的画吗？哦，电脑桌放这边，还挺不错的啊，挺好的哦。城市系列的这个超级贵的，这个城市系列超贵。我之前也想要买，可是我也想说没太多地方可以放，后来就就算了。哎、欸，那一盒要七八千块，呃，七八千啊。然后那个这个东西超级贵的、啊，这个超级贵的。 对啊，台中应该还好啊，台中地震应该不会到很严重，对啊，这还好，还有自己的收纳柜，还有玩，还有晒马。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不要把亲戚小孩放进来就啊，对啊，不要让小朋友进来破坏，不然这个啊对啊霍格华兹嘛，被破坏掉真的是欲哭无泪。有时候不是价格也不是时哦、啊，有时候价格不是问题，是因为没地方放，对啊，除非他特别去买一间房或者租一间房来去放这些收藏。 这个是那个吧？这是这个好眼熟、哦，这个谁啊？好眼熟哦，哦，我整排都是哎、欸，好酷哦，对吧？很酷哎、欸，还有这个肥皂车，有一些是特别的那种限定款，就限限定收藏。朱哥亮什么朱哥亮啦、啊？ OK，哎、欸，这个看终于看到有有收收藏乐高了。我觉得乐高比钢弹模型还贵，因为钢弹模型大概这个这一尊钢弹模型多少钱？如果大概这样一比一百大小的，嗯、大概大概多少钱？贵贵的话，一千块。1> 1, 啊、差不多吧，一千左右啊。一千多，而且九百一千吧。对啊，可是你玩乐高啊，乐高差不多这一台车子可能就一千块。 在车子就要一千块，接近啊，接近到一千。然后这个房子就不要讲了，几千块跑不掉。这个火车加一加，大概也要个五六千块。你买那个乐、啊、高，买那个什么电电动力模组哦。嗯，那就好几，那就好、啊、2> 要一两万哦。金牌在一比零领先哦，注意哦。好，然后下一个是台南的观众，我们今天看得完吗？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十点四十七到八十应该可以。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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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了？ 我看一下还有多少，好了，反正大家今天有看到女粉的，有看到女装大佬的，我觉得应该已经心满意足了吧，是不是？我觉得顾客后面还要看一个劝诫的那个也要看一下，劝诫是怎样？什么？为什么还劝？还有劝世房间可以看有有有一个，他它是超过八十个，<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看他的。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很，我觉得其实今天很精彩、欸，今天算是很精彩的吧。 今天有呃女粉房，有女装大佬房，有叙利亚战损风房，然后又有那个天龙人房，又有这、那个诶欧、欸、洲，还有英国的，有那个瑞典的，对不对？然后诶、欸，今天很酷，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超级精彩的，又有豪宅的，好吧？我们又我们又有豪宅的，然后也有香港，就是超级小房间的，但是五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房这样子。对对，今天不错，今天不错。 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个是呃台南的观众的房间，他说他跟家人住一起，这边是后面是仓库，后面是被他家人当仓库，但是前面这边是他的电脑，所以这边遮住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冷气这边切一半，后面不看，其实这边规划是蛮不错，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实也是弄弄得很好，嗯、看桌上、嗯、看桌上就知道了，啊、这个人很看看桌面就知道了，你看这边都还摆斜四十五度，他是特别。 调整过两边，但是地上的是蟑螂，哦、哪有蟑螂？有啊，那黑黑的不是蟑螂吗？哪有蟑螂？没有啊，是你荧幕上面的哦、啊，是我荧幕上面、啊，<laughs> 你这荧幕脏脏的，那边讲啊蟑螂，荧、啊、<對>幕上面黑黑的、啊，为什么？哈哈，笑死啊、呃！所以这边是他应该是他爸妈的衣哦，他妈妈的衣服啦，还有一些是哦、呃，这个下面这个这个箱子应该就是他的了，就公仔。 所以你看，家人堆的就是長这样这个样子。欸、他自己堆叠就是长这样子。他、啊、那门上那是网球王子的那些衣服吗？这个门门上门上面挂的，门上面挂的,面的这个、哦、不是哦，这还是這是,、啊、是吧？不是吧？这这个不是啦，防摔衣吗？嗯，我也不知道诶、欸。对吧、啊？新街，新街是什么？Hollow Life 是不是？Hollow、嗯、Hollow Life。 防摔衣啦，防摔衣。那是骑车用的防摔衣啊，骑、哦、车用的防摔衣哦。Hollow Life，哦，果然 Hollow Life，Hollow Life，Hol 嗯，Hollow Life。Hol 难怪要防摔衣，对，因为太滑了，太酷 <laughs> <laughs> 哦，这有个靠腰诶、欸，这这有个靠腰的。哦，是他的房间，他房间在这边啊，他房间在这里，哦，是他跟他哥的房间啊。哦 他跟他哥的房间啦，这样子。啊、这是他哥房间，他跟他哥一起。哦、呃，嗯、那我要驳回刚才那一句话。嗯，这是他哥的电脑桌吧？哎、欸，可是他们直接睡床板不会被睡久、嗯？对啊，被会不舒服。没有，还有还有还有垫子，还有垫子。我以前也是这样睡，睡完、嗯。他要吵，席啊、哦，他要吵。对啊，你看他这个就是他哥哥的电脑桌吧？你看这个一比较就知道。来，我们来比对一下。来，这个是他的，是他哥哥的。 是吧？这这哥哥的吧，两 <laughs> 个世界啊，他哥哥的电脑桌，哦、嗯，还有这个，嗯，明白啊，<laughs> 是不是想偷臭你哥哥？偷臭哥哥啊，笑,笑死！好，然后新北的皮粉啊，来看一下照片，蛮多的、哦、我一张一张开，这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就是今天很多房间都有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好，看一下，偷偷哥哥哦哦哦，这个有在煮，不是只收不足，只收不足。新北板桥，底粉，在林家花园对面，他叫我，他叫我去赌他，我要怎么赌你啦？我要怎么赌？对啊，房间有一个监视器耶、欸，嗯。 你有看到吗？为什么有监视器？是要监视你，<laughs> 不让你敲敲，对不对？他监视他，所以这个是什么？某种那个牢牢房吗？<laughs> 为什么要放监视器？哎、欸，感谢谢谢我们的快乐西老人。他这个是他原本阿妈家五六年前搬到这边来之后，他有重新装潢过。他这个地板这个也是重新装潢的，就是有稍微弄一弄啦，但简易的啦，不是完整全部全部哦。视讯镜头哦。哦 啊，这种事情就挂后面。嗯，然后他有很多收藏啊，但是因为东西太多，所以他并没有全部拿出来啊、呃，就是只有一部分收藏在这边。然后可能有别的视角吧。哦，这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组模型的桌子。这场这是拼到一半吗？拼到一半应该是拼到一半。对啊，还蛮不错的啊。哦、呃，这边就看得出来啊，就是壁墙壁上面有一点那个补土还是什么东西，有点。 对，然后这边有点图没有批评，但是批评。哎、欸，现在不是啊，有一阵子不是流行那种我知道啊，故故意这样弄的，那个叫做、啊、那叫什么来着？欸、工业风哦，就是他们后来不是有一种是工业风，就故意那个 P 图不把抹平，有没有？很像浮雕，哎、欸，就是像那个清水膜啦，嗯、但是它不是真的清水膜，是自己这样。可是要打灯下去才好看哦，哎、欸，如果你灯没有打的话就。 看起来看不出东西来、欸。如果灯没打的话，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像 B 癌。B 癌<要>。<laughs> 对，他、啊、这边有点油漆剥落，不过还好看得出来这个是有装潢啦。你看这个这个门也是刚新换的嘛，不然他发出他的房房子是阿妈阿妈的房子，嗯，挺不错的、啊。那为什么要睡地睡地板角落啊？不是你睡太克难了吧？所以我就说，好像监狱，很像牢房诶、欸。 起床就手做，然后然后这边还有<後>还有监视器在拍他睡觉的监、啊、视器啊，<Holy S 2> 没做完就不会开门，<laughs> 什么东西？<laughs> 哦，赛马娘，哦，东西也是蛮多的，哦，礼拜啊，三点二十八，还、哦、还是学生吧？感觉应该应该还是学生，对不对？互动式讲义，还是这是以前的？ 哦，也太多了吧？可是这个是有在组的啦，嗯，有有买有组啊、哦，不是只买不组的。M S, <對> <S MS 图鉴，呃，Niki Niki 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Niki 的收藏嘛。应该果然是这样说话的。有凯说他大学了，哦，大学了嘛？对，大學，那应该是以前的书啦。还、啊、还有鸡娘，还不错啊，我觉得这间房子还不错，但是。 呃，睡睡觉的地方是有一点困难。我不是我们年纪大了，你知道，啊、所以那个对我我我是没办法那个，我们现在没办法。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睡，<對>但我现在没办法。然后他说他啊，偷夹说，他说碧蓝航线他跟林波结婚了，就是他婆。 好，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呃，你直接无视他、呃，我直接无视啊，没偷偷，偷哦、他偷、哦、他还没偷偷赛卡的，我就不理他偷赛卡，刚、哦、才说什么他未来档案抽到什么东西？OK，哦，这个是五十年的老公寓啊，五、哦、十年老公寓啦，很好,好，从小生活到大的地方。可是呢，大家不要看他房间长这样哦。 你们想说这房间，哎、欸，我感觉好像很旧，对不对？五十年了嘛，这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哪里？台北大安区。哇！<laughs> 有没有觉得瞬间好像这个就恐惊的了、啊七，七十年都没问题啊！<laughs> 有没有觉得瞬间恐惊的，就感觉，那这房间怎么感觉有点这个曲面一幕弄这么这么高级，有没有？然后就感觉这个东西弄得很有那个，但是为什么感觉房子旧旧？

光房间这么大，怎么可能一两千万、欸？这个房间很大呢。哇、欸，欸、畫畫好好看哦、喔！哎、欸，他对啊，对啊，蛮、啊、大的。这房间很大、啊。这个是云林的皮粉，他说他从麦块开始入坑了，跟我一起玩战所以为了玩战役然后组电脑。北漂到新北七年，租金一万一一个月。一万一算1 1> 1萬便宜了。一度七块钱，然后他后来发现其实正常应该是每度三块多。 對一度七块钱要求个嘞，你这个啥？这样子要一万一新北啊？这个一万一有点有点贵、欸，差不多啊，只是那个店有点太夸张，这有点贵、欸，对吧？我看一下，还是还是还是他云云林的家啊哦，这个这个一万一啊，这个一、這個、万一、這個、啊。 这一万一我觉得就还行，这是这个是这个吧？这是这是这是你云林的家还是这个是新北租一万一？应该这个是一万一的那个租租的房子吧？我想说这一间一万一有点太小了吧？你在新北也是有点贵啊。这样这个这在新北一万一我觉得可以啦，这个这个一万一我觉得在新北是合理，因为。 還,还有还有含浴室嘛，就是一房一卫啊，一<有>万一，对啊，算算 OK、有浴室，如果有厨房就差不多这个、啊，这样他们，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门嘛，对不对？所以等于他其实他后面还有一个什么阳台之类的，一万一，OK 啦，这个 OK 啦，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规划的还蛮蛮好的啊，就生活跟规划还蛮好。这应、个、该是云林的老家啦，啊、哦，云林老家。完了，我又不小心脱脱落了，我想我找一下，我们该看到哪里？ 一万一超便宜哦，新北嘛，新北一万一还不错啊，还不错啦。嗯，那家具是他有带家具，还是那家具是他自己的？呃，这我就不知道了、欸，感感觉就不知道了。对啊，但是他这样生生活的这个，我觉得就还蛮还算还算 OK 啦，因为毕竟是老房子嘛，就是老家老房子。只是零食也太多了吧？你看哦。 这里放一大堆零食，有乖乖，有多利多滋，然后又有多利多滋，然后这边又放一堆药品,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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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他命 C，维他命 C，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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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这边放一堆吃的，然后再放一堆药品，就觉得哎，这吃太多，有点负罪罪恶感，不然来吃个 B 群好了，缓和一下。哦，那我觉得 B 群也吃，那我们再吃一个那个维他命 D 好了，因为平常可能不太够，补充些维他命 D。高腰。乖乖不是拿来吃的，确实 确实，yes. 嗯，给电脑吃的。好，我喝个水，我喝个水。嗯，嗯对吧、啊？还有胃片啊，吃零食伤身，就像是你玩游戏吃了一个东西有负面效果，但是它它的强化会强化，比如说可能恢复某个东西，你就再吃一个解除负面效果这样。老大憨憨。 刚刚人不舒服去测新冠，结果真的中奖了。大家在外也要注意哦。啊，对啊，那注意安全啊！最近又又又有人在中了、啊，因为夏天到了，他们开始又有些有些人有中奖，特别注意啊。心向上升 <coughs>，好，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嗯、啊，阿土，等我不小心把它跑掉了。哎、欸，总算。 看到好下面了，各位，是弱点可以加腹部装甲，还有除油量。除油量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呃、欸，拍子拍子，聊聊天等我一下，因为我刚才不小心脱离了，我要找找回去。刚才那在那个，还是我什好、嗯、好好啊，你你 take 一下给我好不好？take 一下给我，有一你放到克下面就可以连接过去好，OK。 啊，这是安德鲁徐的房间，我先把它切一下。安德鲁徐的房间，他说十年在地皮粉，但是其实这个是他已经搬到南部去了啦。啊，这个是刚好最近在老透天的老家，这个是老老家啦。啊，这个是桃园老家，看起来没什么生活感，所以感觉很空。对啊，因为这个刚刚刚看就说，诶、欸，怎么怎么那么空？感觉应该不是住这边、啊，正常人住的话应该是不至于。 然后这里是就是应该是他那个吧，就现在住的地方，原本是办公区改成娱乐室哦，还是这这也是桃园，应该是同一间吧，感觉地板是同样的，同样的，但是这边看起来就比较有在用、啊、呃，有些是亲戚亲戚的东西啦，嗯，还不错哦、啊，哎，这个装潢其实弄得还蛮好的，对啊，虽然是老房子，但是就还还挺不赖的。 不是，可是这样跟亲戚一起在那用用电脑，不会尴尬吗？还是就还好，还好吧？嗯，还好吗？对啊，又不是用在用电脑看什么奇怪的东西。然后他他就他他还有自己的一些收藏哦，这边是他自己的是收藏。呃，OK，OK，OK，、OK, OK, OK, 有的有的啊 <laughs>、哦，有那个、哦、有马纪念哦，不错哦，有马纪念哦。 嗯，底下这是什么？这个是东海帝王吧？东海帝王啊，这这个有什么东西？VR 眼镜吗？有些它有些没拆封诶、欸，有些是没有拆封的。东海帝王，东海帝王怎么有两个啊？哎、欸，我它应该有三个，一,一个一个拿一个拆开来拿来看，一个拆开来拿来玩，嗯、一个拆开来,來,一,個拆開來一个不拆传教传<藏>教的，Holo Life，太多 Holo Life 了、欸。 不错啦，就是兴兴趣就这样嘛，就是有时候自己自己爽最重要。OK，好，我来看一下下一个，因为他这个他这个比较没有生活感啦，其实就比较难介绍什么东西。哇靠，你这个房间也也也很猛哎、欸！好，我们先看这个，他说他是新北树林人，自己家的卧室哦、喔。OK。 然后他说是我从玩赛马娘开始才订阅的，哦，所以是因为马娘的关系，嗯、但是这边为什么你说玩赛马娘？为什么这边显示的是呵呵呵狼师啊？为什么这边显示的是狼师啊？说什么？L 上也说嫩我五星的靠腰哦，哦，笑死。 有啦，看得出来啦，就很多马娘的东西，有没有哦，这个是原来是我们的进宝啊，我们的大进宝还不错诶、欸。而且他的桌子就是都是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但是为什么要在花洒上面铺卫生纸啊？为什么？是因为会怕流手啊之类的吗？夏天嘛。哦、啊，这是我那一天的实况啊。哦、啊，难怪我想说这个这个。 这个水晶数量怎么看起来好眼熟？就我还我还没抽嘛，对不对？啊，这边还有这个啊，对啦对啦,对啦，这我那天的实况啦啊，还没开始抽，还不错啊，房房间很多小收藏、啊，稽查一下，对击查一下，卡到啊，怎、啊、样？退局怪怪的，对，退局会转圈圈，哎哎哎，对啊，转圈圈又又爆，是不是？其他台也会吗？ 其他台没有啊，好像只有你，只有我这样的，奇怪。F 五吧，OBS 在搞啊。哦、oh,，有正常？正常了吗？现在正常了吗？可是我看丢失应该还在丢失，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退去没救了，好了吗？正常了吗？还是在偷偷抓东西？会不会偷偷抓东西啊？ 有啊，偷偷更新啦。白痴哦、喔！我把它关掉看看，这样呢，正常了，正常了吗？F 五看看，F 五看看，刚刚很卡哦、喔，嗯、呃，就不知道刚才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吧，蛮蛮好奇。好，我们继继续吧，继续、哦。今天偶尔会这样哦，原来如此。那第二张图有些比较危险，对，我没有说要稽查它下面这个，嗯，还行，有些比较危险。 你这没问题吗？要确哦，哦、嗯、要确哦，这个不要让 CY 看到，他会有点不爽，而且他这边还给我打，呵呵靠呗，这是那个吧，卤蛋的那个吧，对不对？那是卤蛋的那个模型嘛，对不对？他这边都帮他自主打码了，应该还好啦，看起来应该还好。我靠腰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放大。 嗯、还不错啊，我觉得他这个还蛮不错的，就是这样规划。可是如果你这样子晚上电脑开着睡觉，这边不会很吵吗？这样离太近诶、欸，感觉有点吵。对啊，比较比较可能会吵一点点。可是不错啦，我觉得他这个这个房间就规划的蛮好的。对啊，有懒猫子，然后有那个蓝蓝子，我不知道卤蛋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蓝蓝子吗？餐餐子。 决明子，决明子 <laughs>，OK，卤味啊，我婆尊重哦，哎、欸，感谢谢谢我们的六六六，感谢你，哦，懒妹啊啊，对对对，懒妹懒妹想起来了，懒妹，OK，然后这个是披萨，披萨的房间，他就说从国中开始看台，他现在住观，哎，现在住台中，然后观看台十年了，他的电脑房跟房间是分开，这边是电脑房，电电脑间。 呃，因为房间对面是防火墙，隔音比较差，会差到怕吵到邻居，所以把电脑搬到储藏室里面去用。哦，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会进房间，大多时间都待在电脑房。哦，原来如此。啊，这个是，嗯，嗯嗯嗯，啊，闪电十一人，很特别、欸。 啊，补充一下，为什么不把两间房间对调？是因为储藏室会漏水，没有装暖气。啊啊！可是你这样子用电脑不会超热吗？你这样不会超级热吗？感觉这样会超热诶、欸！我、喔、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盯得住哦、喔，很猛诶、欸。安安老大，下一届闺房鉴赏是什么时候喽？下一届哦、喔，我会再公布吧。如果有确定，我们再公布，好吧？这我们之后再公布一下。 嗯、啊，我看一下，还有一张图，好，让大家看一下啊，披披萨的房间。感谢我们的月落雨停，感谢闪电十一人呢、欸，我第这是第一个闪电十一人的，大部分都是钢弹嘛，Holo 比较多嘛，Holo 也是大概第二多吧、嗯、，Holo 周边也蛮多的，啊，然后然后呃，漫画、轻小说嘛，闪电十一人真的是没什么看到，就像刚才乐高也是第一个看到嘛，对不对？ 那 Windows 键帽不见了，那、啊、你的 Windows 键去哪里了？因为打游戏的时候按到就把它拔掉。那、啊、你可以是把它取消啊，你可以把取消掉啊，你可以把它取消,、啊嗯、它取消就好了。会按到取消就好了，可以取消啊。那、啊、这个有年代感的房间，油漆漆漆啊，油漆漆漆。 不 <laughs> 对啊，这个这个这个感觉，对你起来应该很漂亮哦。对啊，我觉得他这个房间整理整理就好，就就 OK 了。他他这个是这样，为什么要贴胶带啊？是，哦、我觉得他这个房间有可能是会有有有诶，要怎么讲，会漏水，对不对？对，太潮湿气啊！你看，因为他这个电脑储藏室这边就、這個，啊，后面有阳台啊，嗯、台有有阳台嘛。而且尤其尤其是他因为后面阳台的关系，你知道呃，室内隔间跟外面哦，你用。 容易发挥误处哦，就是室内隔间跟外面户外的，比如说阳台有的没的嘛。然后它因为交界，有时候你没有搭铁皮，或是你有搭铁皮，它有它有缝隙啊。这个墙墙角这边如果有有皲裂嘛，它会水会渗进来，就很容易会变这样子。所以你一般你靠近外墙的房间，这边就会很容易有时候会漏水。只要房子一久就会这样，所以你三不时要去保养一下。 如果有龟裂的话，补土要赶快去补一补，不然就很、很、很有机会就是慢慢慢的洞会越大。啊，水控哦，补土会比较好一点哦。對啊。好，储藏室角落是唯一不会漏水，<laughs> 不然电脑漏水也是真的很麻烦啊。电脑漏水就很麻烦。哦，这一间有点猛哎、欸，而且又是一个哦小汽车收藏，这个是新竹的皮粉加熊粉。 哦，哎、欸，很酷哎、欸，这很酷哎、欸。复的话会很麻烦。他有一个巴雷特、欸，诶、啊，不补它很麻烦。巴雷特，哦，他这个是是什么啊？好像是不知道什么架子，用来展示车子的架子，是不是？很酷哎、欸，我、哦、还有很多这种收藏，就是小熊嘛，对不对？是吧？小熊吗？还是我认错？ 这小熊吗？因为他说他熊粉嘛，我记得这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因为这解析度比较差啦，我其实有点看不出来，但是看起来脸型应该是吧，是，对啊，应该是吧。然后他说展架都是自己做的，他会三 D 列印跟木工，所以这边东西都是他他自己弄出来的哦，这些展展架啦这些东西太优秀了，嗯，厉害。他说他的他的木愿望就是一步一步用汽车收藏把整间房间给填满。 哇塞！其实有一些会增值，你知道吗？它有些这个会增值的，又又转了吗？嗯，又转了？对啊，对啊，又转。可是我现在没有没有在更新东西为什么还会转？还是 EA 真的真的爆爆裂了？等一下，我把我把其他软体关掉看看。 你是网，这是网路线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吧？不是吧？应该应该不是吧？退取的问题吧，我感觉退取问题比较可能。现在呢，还是一样吗？哎、欸，好像又回来了。十好十，我觉得是退取的问题耶、欸，看起来应该是退取的问题啊。延迟测试。 延迟测试，延迟测试，感谢感谢。一下乐天，回来了吗？F 五一下，F 五一下。退去，Twitch, 在干什么？退去，搞耍？退去。其他实况台也会啊。哦，所以其他实况台也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哦。现在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正常了吗？别台也会卡。我、哦、Steam 也关掉了呢。我现在都关了呢，都没了。 对啊，我刚，我现在，我现在全部弄掉了呢，感觉应该是退取的问题啊。嗯，小熊吧，是小熊吧，对啊，都是小熊，很棒哎、欸，我觉得他这个房间其实就还蛮不错，因且自己会木工嘛，嗯、所以他这个自己有做。哦，有这边更多，这应该是床的另外一边吧。哦，哇，还有这个乐高，成人乐高，嗯，对啊，还有这个风火轮小汽车。 哦哦，这个是军武乐高，嗯，军武乐高，Dinosaur，还有老婆，哎，还有宝可梦跟皮卡丘乐高了呢。海绵宝宝，这个是花栗鼠，派大星。哦哦，还有这个巴斯光年啊，一比一了。哎呀，怎么这个断线就被一比一了？怎么会这样？ 被扳平了，没事啦，没事啦，OK 的，OK 的，OK 的，看下都皮皮粉房间不开心了，什么哪有这种事情？哇！哦，架子他自己啊、哦，他自己做一个这个架子是不是？这是他自己三 D 电影，你看这个三 D 电影印,印出来的、啊，所以他是自己列印这个三 D 电影弄起来的。嗯，这个厉害哦，哦，这个哎、欸，这真的很猛哎、欸，这真的很猛哎、欸、，Supra。Sup <coughs> 哇，GTO Evolution，这是 R x R 叉七吗？看起来像 R x 七，还有美国肌肉车嘛？是野马对不对？野马，哇哦，哎、欸，好多哦！这个是场速度与激情哦，哎、欸，很帅哎、欸，警车，对啊，哦，很酷哎、欸，这个可以看好久。如果有有朋友来你家，你可以给他看很久很久很久。对啊，这个你房间。 这些东西如果说是都是正版的，那应该是超级贵的、嗯。这一台不便宜。可以帮他放那个风火轮的轨道嘛，然后让他所有车在上面跑。<laughs> 这收藏不能跑啊，收藏、啊。一定很爽。这收藏是拿来收藏的，不是拿来跑的，好吧好？对啊，那 Super 你也有，真车就超级有钱了。没有啦，你不是真车也很有钱啦，好不好？对啊，有些是风火轮的啦，有些是风火轮的，风火轮可以拿来跑啦。 但是烽火人特殊款的话也是蛮贵的，嗯，也是要看它的那个就是款式啊。好，OK，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这个是高雄的观众啊，高雄观众，高雄观众，这个就是，哎、欸，是不是看过啊？这一件，两把吉他都看过了，这好像看过啊，<哇>这间、欸、不是哎、欸，不是应该，哎、欸，嗯、啊，为什么墙壁会是这样？这有看过哦对啊，墙壁为什么这样？ 就很像啊，没有，好像不不同人呢，应该没有不同人啊，不同人啊，不同人、哦，房间可以秀一下，还不错啊，这个看起来就不错。不过我觉得惊喜的房间看的有点太多，这个感觉就嗯，就是一般人的房间。<laughs> 这个唯一比较特别是他这个床啊。 你知道他床是怎樣？他是两个床架，然后搭一个床垫，哈哈哈哈哈，就是他这个是这个房间的亮点。哦，上次、哎、我们之前不是看也有一个是也是这样，哎，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嗯，前面太强，对，前前面前面太猛了，前面太前前面真的太猛，有筋膜、啊。有一个都市传说是这样，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三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嗯，房间也是，房间房间也是，也是对，<laughs> 不过他这个桌面整理的还算还算不错了，就还蛮好的。 哦、还有投影幕投影幕投影幕在哪里？这边吗？这个吗？哪边啊？投影幕？它是那投影机啊，我也没看到哎、欸。投影幕就那个黑色的布幕啊，灰色的布幕啊，就就没有投影机啊。投影机是那个 T 字型感杆啊,啊，这边啊，在不是啊？你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投影机从你后面打过去啊，啊这不是很热吗？打打你这看完一部电影，大概头发烧焦了吧？<laughs> <laughs> 你这你这看完电影，你这个头在冒烟，你知道吗？直接冒青烟。它、啊、那个是投，那个是移动式投影架。<laughs> 啊，移动式不是投影架没有在移动、啊。不对，那个是沙发椅诶，投影架没有在移动，因为投影架一移动的话，那个焦就变，焦距要重调。嗯，这就是看电影顺便烫烫头。哎、欸，不过他那个椅子这样危险了，因为那个投投影机温度很高嘛，那个布的东西可能会嗯对啊 这就,就,就是，<心>这就是唯一亮点。好，这边房间的亮点在这边，很亮哦，亮到头都会亮起来，啊、嗯，直接亮起来。好，然后下一个是台北皮粉，啊、嗯，台北皮粉，顺 <laughs> 便烫头发，<laughs> 有点危险，要小心呐、啊。哦，台北皮粉，然后他说高中看到现在快要三字头了，好、啊、像二二十几岁，快三十岁哦。哎呦，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喜欢的形状罢了。哦，哦，假面骑士，哦，这个就很多军武的模型了，有没有？T 九零 A，、嗯、然后 M 四六嘛、嗯，还有这个啊，这个旧旧的那个呃、欸、战斗机，就是应该是空战战斗机吧，还是轰炸机？然后还有这个，哦，好帅啊，这个很帅啊。啊不过钢弹是比较多。还有组。 它有很多大魔神的东西，嗯，大魔神，可是没看到他摆几尊钢弹出来啊！你这里至少目测钢弹的盒装应该超过二十，可是没有，没，没有二十架、啊，只买不组，对吧、啊？你这里没有二十架、喔、哦。啊，我们这个稽查啊，这看这边有没有超过二十吧？光这光这一光这边应该就超过了吧？ 这边超过了吧？这、这、这、这一个这个地方超过了。我们看一二三四嘛，四，然后我们把它算全部满的好了，好不好？四、八、十二、十六、二十，对吧？然后二十四、二五、二六、二七，这边就二七嘞，这边就二七个。然后这边呢，一二三，啊，这个也算啊，四五啊，这这几个不是吧？六、七，然后嘞，其他的嘞？ 其他去哪里了？能力有限，又能力有限，你们这些人哦、喔，真的是只买不足。哎、欸，我不行哎、欸，我觉得我的个性不行哎、欸。如果我买了，我就一定要足哎、欸。如果只买不足，那我可能就比较没办法那个哦。哎、欸，酷哦、喔。 这是什么三、啊、D 炼印的那个吗？他是自己烤那个喷漆哎。对啊对啊、欸，哎很酷哎、欸，自己弄小型空压机耶！这位这位很吵吗？这位不很吵。打打气的时候会很吵，打气候很吵。他讲。哦，我还有弄这个哦，他怕那个空气有没有在那个里面，因为不知道喷那些可能臭臭的，直接这个抽风扇抽出去这样。我靠，专业，真的是专业，pro pro, pro、欸 抱歉，他这白发我懂，前后是两排的，所以你看到一叠差不多就是十二到十六哈，<laughs> 不愧是同道中人啊！好，下一个是高雄皮粉，跟家人同住。嗯，军装哦，表弟是国军，刚、哦、好在他房间留下来。还有法环美术集，跟表弟借的。OK，我们先看一下。 好、哦，高雄皮粉啊，高雄皮粉，血小板，这就比较朴素一点啦、啊、可是为什么电蚊拍要放在衣服上面？而且为什么都要把沙发变成是衣柜呀、啊？我不懂、欸，沙发不就是用来坐的吗？<laughs> 你知道我之前啊，我们工作室，我们工作室那时候啊，很多人、啊，<对>然后。 沙发永远上面都有人放包包、放衣服，然后就放一堆有的没的。那边就是床，你胡说。然后我就想说，沙发就是用来坐，要不然你可以躺，你可以坐，放个包包还可以接受，放衣服就有点就是不太行了，对吧？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哎，你清一清,清,清，清一清，有时候就想说，哎，你东西不要放这边，清一清，清一清，嗯。有时你的衣服放放那个嘛，旁边有那个架子，你放在上面。沙发没要做。” 可是我我就不行哎、欸，我看我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强迫症，就是干这个衣服就不要放那里这样。哎、欸，还有，哎、欸，这什么书啊？黄色书皮，还不错啦，这个还不错啦。就是原本是要放电视机啊啊，他、哦、现在电视机也没了，哈哈哈,哈放这个衣服让你好好欣赏，每天看自己的裤子。 哈，哈 <laughs>，哈，哈，干，真的受不了，妈的，受一下啦，啊，压起来，压起来，而且重点是他这还不是乱丢，你知道吗？最气人的就是他衣服不是乱丢，他是整齐折好放这里的，的最气，你知道吗？超级气的，对啊，你如果乱丢就算，就说哦，那就是他习惯不好。这，你看你还折了，你折好，然后叠在那里，看是怎样。跟你讲，跟你讲一个更酷的东西，哎、欸。 他旁边还有个衣柜哦，我偏偏就不把衣服给你，<laughs> <laughs> 我就不怕里面怎么样。你 <laughs> 老威啊，哦，真的是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欸、嗯，啊哦，他他还有那个，还有他的那个书柜啊，看一下书柜，哦，哦哦，法环设定集最后一站哦，最后一站这是小说吧？啊，应该小说。 啊！菩提道次董广论次什么次地哦，还是次万吗？哇，这个菩提道那么<地>菩提道这么这么多、哦、你这旁边写去日本自助旅行，嗯、然后这边就开始菩提道，啊、然后、啊、中间夹了一本混血英雄，对、啊，混血英雄，啊，中间夹了一本。 你没有理由瘦瘦不下来，哈哈哈！三小，我在这要想啊，这个佛祖过来看说，哇，这这个人非常的向善呐、啊，啊，菩提道的树、嗯，你没有瘦下来的你你没有理由瘦不下来啊，啊啊，对，好苦恼哦，暗黑破坏神三，佛祖大概也很混乱的，很困惑。 好，下一个是台中北漂到台北工作的皮粉哦，从国一看，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哦。啊、嗯，租房住在西门町，我们来看一下，住在他住在西门町啊。去日本当和尚只会瘦下来，比如说从长书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那个吗？看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我看不出来。<laughs> <laughs> 他说：“从藏书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兴趣跟个性，还有他的这个经历。看这个，你知道怎么看出来？我看不出来，我很混乱。他很跳跃，嗯，OK <laughs> 哎。哎呦，害我害我跳到啊、哦，鼻塞、欸，啊，跳到鼻塞，怎么回事啊？啊，好，啊，老鼻水啊，嗯，流鼻流流鼻血。 啊，哎、哦欸，这个很不错哎、欸，这生活蛮有格调的、啊。他说、嗯、这里是台北西门町独立套房，算顶家了啊。这边算是顶楼加盖顶家，然后呃，房间有半面采光，应该是这里吧，但是很热啊，在电脑后面窗帘，所以平常都不会拉下来。佛经，那小时候被家长逼写的，长大就没碰。啊、哦，原来是家长逼你的、啊。 OK OK，这样懂了懂了懂了。我以为想说你自己也在看这个也是挺特别的。啊、OK，他说这件在这个房间是怎么样？就是对啊对啊，家长逼血很正常啊，不是吗？啊，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可以呃有逻辑的，这样就有逻辑了，说得通了。怕小孩误入魔道？没有吧？是这样吗？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啦。现在先先,先回一下西门町这边啊，住满一年，他现在住满一年，租金一万块左右，那还行吧。 这样租金一万块在西门町里面哦、喔嗯、的独立套房，顶加独立套房还可以啊，房间大概六到七平，哦、呃，有一点小贵，有六六到七平，在西门町里面应该还可以吧？可是下楼就可以看电影跟吃饭呢、欸。对啊，<夢>对，确实啊，确<對>实。哎、欸，感谢，谢谢你，看一下对啊，这边还有自己弄咖啡，他其实蛮有生活的情调。他说他那是显微镜还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这咖啡，地炸锅跟那个咖啡机、嗯、咖啡机、那個、就可能磨豆在干嘛的吧？因為你看那底下是那个啊，<吧>底下是那个杯子在接啊。他说他平常在做兼职摄影，哦哦然后床头旁边有防潮箱，就是他是做摄影师啊，有兼职的，然后也在练习拉花，所以弄了一个咖啡区哦，里面還有冰箱，其实蛮不错的啊，真的真的蛮好的，还有咖啡豆。 哦，这个、这个，而且它灯还是用那种比较暖色系的，也是蛮在乎生活的人。你看有没有？还有这个啊，瑜伽、啊。我先问个问，它这张照片不会是拿专业相机拍出来的？一定是的啊，这个色调感觉看起来不像手机拍的。不 <laughs> 行,行，我我不能只光拍，我还要调色，<laughs> 我要调色。没有啊，应该没调色吧。它打光其实就是这样啦、啊。对啊，其实蛮好的、欸。我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厉害。第一，我我们现在是第一看到这边有是有咖啡机的嘛，对不对？ 而且还是专业的、欸，专业的。嗯，哦，哦，还有电脑桌，你这个打光有点故意哦，你在拍广告是不是？这是在广告吗？哎、欸，这还这还从那边打光，还故意窗帘这个不知道是折痕还是故意的，太太巧角度有没有。然后还有那个滤，那<有>怎么讲？还有那个焦距有没有？这个胶在这边，啊、然后呵呵这边是有点稍微微失胶哇塞，懂弄哦，懂弄哦。 哈说：“ Hello, 北漂大家辛苦，了，新迁安之后台北住进越来也不友善。”嗯，老大早安，刚从日本飞回来，马上看台哦，辛苦了，辛苦了，哎、欸，感谢凯文，谢谢琪琪，辛苦了。然后他有补充两张照片，然后这两张照片是那个就不同视角了，从另外一个视角。等一下我我要重新再拉一次，因为呃这边嘛，对不对？这边 OK。 好、啊，这另外一个视角，所以这样子一万一万块上下的房租，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住个一年多嘛，对不对？一年多吧，對、欸，对，一刚刚满一年，你们觉得还行吗？可是这边东西大部分都他自己自己自己买自己装的啦，应该不是房房东付的哦，他是顶家啦，顶家，我是觉得他本身自己生活是比较格调了，<對>房间不大、啊，六七平一万块、啊。 其实房房间是不大，而且本身在顶楼会偏热哦，会是会蛮热的。嗯、欸、，OK，好，那我们看下一个，这个还不错，这个蛮有意思的。好，这个高雄搬到台中的女皮粉，她说女皮粉加一啊，在台中这边住，然后住了两年多啊，住两年多。那我們先把照片全部打开。OK，好，然后。 他说：“呃，卧室东西比较杂，所以没有拍全貌，呵呵害羞。衣柜很后悔哦，买太小空间，哪边啊？就那个啊，墙壁那个黑黑的一哦、啊啊，这个吗？长条，这能放几件衣服？这个放不了几件吧？他那个大概挂挂个，硬塞塞个十件就就满哦。” 哎、欸，阿土说周二下午两哎，你要打羽球吗？p D？啊，不行，周二不行，周二我们没办法。周二我要弄，那因为我因为我电脑那个、呃、C P U 送修回来了，可能周二我又有约人家要弄那个电脑。对啊，對那下下下次啊，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不要抱歉抱歉，下次一定。阿土下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对吧、啊？因为刚好周周二我我已经跟他约了啦，因为我电我电脑现在 C P U 是用另外一颗旧的，然后我把电脑给收回来，这样子，那把那个 C P U 给。 嗯，拿回来然后重新换，因为我我原本那一颗是 S 三还是十四代那个一三九零零 K，你的是吗？你的如果是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有可能那个之前他电脑自己超频嘛，然后他就是会缩缸，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缩缸，就是它里面的线路有跳掉或干嘛的话，有可能已经有问题，所以我那颗 CPU 之前一直有问题，对啊。 受害者没办法、啊，所以我们送修啦。现在送，现在送修回来了。然后我有约拉法要来礼拜二来弄。对，转头 AMD，我才刚从 AMD 跳回到 Intel，还要叫我跳，不可能啦、啊，好啦，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台中女皮粉啊，她说：呃，墙上这个洞就是因为当初挂衣服，然后衣服太重掉下来，哈哈哈哈哈，啊、笑死！ 然后，呃，它这个是它是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这是干嘛的？哪一个？哎，又卡了啊？不对，它是两衣柜，是两两门两个、欸，哎，左右各左右两个啊。嗯、所以中间这边应该是夹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把它粘住的、啊、鞋柜吧，下面那个。这健身用的、哦，<鞋>健身用会会坏掉啦，健身用的。它这个是要挂蚊帐的吧？嗯 应该是原本是给他挂蚊帐用的啦，对啊，感觉是挂蚊帐。不是，他你床下是，呃，不对，对对，这样对这样对。我想这是他的房间，因为他的房间跟那个电脑间是分开的啊。为什么大家都有鲨鱼啊？大家都有。鲨鱼。马来。还有马来模，对啊，还有 Nate，哦，有 Nate，哦，在他的电脑间，电脑间，可是他有说什么？他妈妈给他一个塔，我没看到诶、欸，哦，这个吗？ 他说：“这个是文昌位，保佑工作顺利。好塔、哦、文昌位啊，文文昌塔啦、哦、OK，主机好小台哦，这主机超级小台、欸，对啊，那可能连独立显卡，不知道有没有独立显卡，这不知道能不能接独立显卡。九日里面的能量，那应该是作业机吧，就是文书机吧、嗯，文书机的感觉，对、啊 还不错啊，我觉得他整理其实整理的蛮好的。啊，这边怎么又床？嗯，还是沙发？是他休發休息的，<發>平常休息用的。啊，照片可惜他这个比较比较没办法放大。嗯，对吧、啊？可惜没办法放大，不能让大家去鉴赏他的鉴赏他的小收藏。然后他说他要秀这两只给大家看。 观台后不要男生偷偷从我的桌子底下钻出来，问题。考不会啦，不会啦。可可可可没有不像不像，不像可<頭>可可的脸比较圆、啊，可可的脸比较长一点点吧，比较长一点，那比较远、啊、嘛，毕、啊、竟老猫嘛，哎呀，毕竟老猫了。好，然后看一下下一个是台北到台中，哎、欸，一个一个是从别的地方跑到台中，一个是从台北跑到跑到台中读书。 啊、怎么台中读书这么多啊？你们不会同学吧？哎、欸，你这个浮夸了吧？台北到台中读书，然后呢？你读书把读书的空间弄成这个样子，你真的有点猛哎、欸！这是租的外面学校外面租的房子还是宿舍？ 不是做完赛车，没啥兴趣啊，还好吧。台中你也不可能每每个礼拜都回去啊。哦，在呢、哦，在呢、哦，我看到了什么？在 <laughs> 呢、嗯，在呢、哦，一百 <laughs>、哦、分，又是一个只买不煮的，只买不煮。哦哦哦，专、哦、业，专业哦。嗯。 对啊，这个我觉得他他这个就有在煮了吧？这个就这个就有在煮啦。而且而且还有这个都蛮蛮专业的东西有没有？还有错导要把那个中间衔接的个东西给给那个嘛处理掉的。啊，正在煮到一半。啊，书？对啊，他没，他不会读书啊。书对啊，啊你不是到台中读书？啊你怎么你书在哪里 <coughs>？你有看到那个？啊、你有看他床底下吗？那个床不稳啊，他的书哪一点 <laughs> 好悲，这、啊、<laughs> 个床不太稳，要拿书来垫着、呃。我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啊，我国中那时候嘛，然后要要要断考了，然后因为快要快要断考了，啊想说啊，看都快要读不完了，然后我就每天晚上把那个书放到枕头底下，<laughs> 看看我會,会睡起来，啊、自己流到头脑里面是是對。对啊，超好笑。<笑>可是我那一次考的考蛮好的。 那时候考很好，还有 VR，那那让 VR 读书是不是？书都放到 VR 里面。好，那下一个是屏东到台中读书的观众啊、嗯，就是屏东到台中读书，你们是去台中读书还是去台中玩？啊？靠呗真假是。 哎、欸，可是他他这个真的是很酷哎，我觉得他的房间收藏很棒、啊，有自己的格，有自己的风格啊，对啊，很不错啊，很强烈，嗯，这应该是也是外面租的那种宿舍啦，就是感觉是蛮好的，而且很喜欢钓鱼吧，对不对？还有很多钓竿，怎樣他是渣男哎、欸，他是顶級,、啊、级渣男，顶级渣男，嗯，讲习手册。 哦，有啦，他就有讲习手，这是他唯一的那个手册了啊，就是读书 <laughs> 就在这里啦。他入學啊，这边有啊，这个有啊，不要误会他这边先啊，这边边，对,對,對啊，这边都是好不好？DJ 吗？感觉像是有在兼啊，对他他他自己在玩的，自己在玩的啦。对，嗯，都是自己有在玩那个，很不错诶哎，这、欸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 DJ 嘛，我们來玩 DJ 盘没有啊？那个啊，那个船长啊，船长，嗯、我船长他是。 前天还是昨天看的，前天吧，哎、欸，前,前前前前前天吧，好好几天。今天第一个吧，今天第一个，哇，住的蛮高的，高楼层，很酷哦、喔。帽子是什么？帽子，墙壁的那个帽子。帽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这什么帽子？欸、老公什么？生什么？生生什么？老公？ 发烧友，对啊，发烧哦，桌上的帽子，桌上的帽子哦，Twitch，桌上的帽子，子、哦，就这个吗？<才>警察的帽子吗？军校吗？军校的，军校吗？其实我我我也不太清楚，苏州对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说什他现在大一到大三了、啊，他现在目前住了三年，哦，住三年，空军哦，哦，军帽。 好，然后现在这个是新竹海边的乡下的皮粉，他说他是做服装设计哦，哎，不错哦，很特别哦。他说他这边主要是有这个工工作室啊，工作室，然后本身自己是做服装设计，然后也是他的房间哦，他在新竹的海边的乡下，哦，服装设计师，OK。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多服装设计师工具，他工具都放楼下了，所以房间很空啊、哦。我以为想说你这房间有放，那房他这个是蛮空的。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啊？还是以前老房子都是都都是这样？<coughs> 那这样都候说他这个他这個是很大间的那个通屋啊，啊他只是用这个东西来隔，用用用这个来隔开的，后面加的。Okay. OK，所以到时候如果说有人要做，你刚有聊天时有问说，如果要做女装之后可以找他，好吧？他说，荧幕右上角有彩蛋啊，荧幕的右上角有彩蛋，哪里啊？哪边？这个？这个？太小了啦，看不到啦，太太小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太太太小了，看。 看看看，看看这个没办法，看看不清楚，我眼睛没办法看清楚。有有个东西在那边，蟑螂吗？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羽球快影哦、喔，所以哦，十九比十六哦，好像好像是一个那个哎、欸，嗯，放大这个解析度你看不清楚，因为它这本身比较糊。好，这也是新竹的，一只猫啦，对不对？猫吗？感觉是一只猫，然后盘那个在盘、就是啊、旋在那里，是不是？对啊，等赢了再说啊。 等一下再说，好，好来这个新竹皮粉，哦，他说他喜欢收集威士忌耶、欸，哦，哦，这个这个可以跟刚才另外一个观众打架哦、喔。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观众喜欢的是那个 DC 超人啊，生诶、欸，神女生女超人嘛，<laughs> 然后什么诶、欸，光哎闪、欸、电侠嘛。 嗯嗯、然后这个是漫威的，他们两个可以对打以 <laughs>，DC vs Marvel，嗯，还不错。啊，为什么手机那么多？iPhone，iPhone，iPhone，iPhone, iPhone、啊、你也太多 iPhone 了吧？你要那么多是干嘛？对啊。哦，哦，桌上是真的是东西就很多了，嗯。可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是有年代感，为什么呢？上面一层灰。<laughs> 听一下啦，乔巴都灰头土脸了。高后要你去买那个吹风的那个，不喷一下，那个也不会伤到模型的。喷一下啦，哦哟，哦哟，哦，快压起来，快压起来，嘎吱啦，哥哥级啦，还不错。哦，威士忌哦，哦，哎、欸，这个是不是蛮贵的、啊？那个冰与火，这个约翰走路全，权权力游戏嘛，对不对？ 这个冰与火这个记得蛮贵的吧？<對>之前有看到那个。里面至少一千五起跳。嗯、对啊、嗯、，Walker，里面都是破千的酒。哦，长酒啊！下面为什么放苏杰？<laughs> 靠呗！哇，这很帅哦，冷哦，富士山。然后那个那个什么《权力游戏》有没有？约翰走路，然后那边哦，千日酿啊响，然后嗯什么三崎。然后你看一下，哦哦哦。哦 那什么卡马兰哦，伽伽马兰啊，伽马兰，看苏杰啊啊，苏杰，请问这是同个品牌的是不是？就是那他们是竞品是吗？奥运捷报，恭喜！同个 level 的。王齐与李洋拿下金牌，拿下金牌了，所以哦，是是是是是，也该做德谢谢赠送十分的阅，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所以啦，恭喜恭喜恭喜！哇，二金了、哦、啊、哦，二金了！东京奥运拿一次，<laughs> 现在法国巴黎奥运又拿一次。这个哦，他也是一个只买不煮，他说他是他他没时间，所以他就只有买，没时间煮模型。好啦，我已经我已我已经麻痹了啦，你们就你们就买，然后不要煮了，好不好？麻麻麻痹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诶、欸，搞我后面，感谢赠送粉订阅，yeah, 感谢。 对，期货、欸、啦，期货，期货，投资，投资。好，屏东皮粉睡了四年，马马，哎、欸，感谢，谢谢五零一，看不下啊！我到时候去看重播吧，因为我都最近都是看重播，刚好媽媽都没都都没时间看，都没办法看，那只能看重播。虽然被爆雷，但是没关系啦，也是很也是很开心。嗯，地震多，屏东还好吧？屏东地震会很严重吗？应该还好吧。 应该还行，哎、欸，赞，赞，好吧？这样干椅子还打啦，<laughs> 可不可以？你都已经把沙发弄得那么好了，你哦。 哦，oh, 一好没量好，有一好没量好，嗯嗯嗯，把把把把把把这边切掉一半，我们就从画面中间这样切一半，啊，只留这边就一好没量好啊、嗯，没有衣服，不合理不为啦。彩蛋的照片不在后面了，啊，不在后面，好，我们等下看一下。不过、啊、其实他房间收拾的很干净，我自己觉得他房房间整理的很好，就是也蛮爱蛮爱干净的部分。哦呦。 哎呦，哎呦，啊！怎么你有这个模型啊，怎么大家都有这个模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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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哎、刺,刺激，刺激，刺激，刺激。好吧，我我把我刚才称赞收回来，好吧，我把我刚才称赞收回来。你背叛了我，你不只背叛我一次，你背叛我两次。 哥，你这个人真真不能这样子诶、欸。还买这个什么 Louis Vuitton，是是怎么念啊 R,？Lu Lu 哎、欸、Lu Louis Vuitton、哎、<呦>是吗？Vuitton LV，哥，你真的背叛我两次，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很想要继续深究，但是你背叛了我，我被你伤了，我被我被你伤的很重。对，哦哦哦 S 不发音。 好，你看一下、啊，刚才你说补充的有那个吗？在最下面是不是？对，最下面。你看一下，把最后可以看到、啊。呃，好，我看一下。然后我直接看了、啊。啊，那我半演用快感。啊，不用快感啊,啊！怪兽电力公司的角色。啊，原来如此。太小资了对、哦。对啊，刚才呃，双金啊，双金，该有人介绍了。 OK，然后接下来是新竹来的皮粉，新竹皮粉，他喜欢东方。他说，呃，他最喜欢的是林仙啊，林仙就是他婆。大家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说他毕业之后呢，发现都是都是真的。他说<好>感谢他的教科书、哦，让他有高度的、高度的平视可以看待啊。 是这样，是啊，啊啊，近视、平视、平视，啊啊，平视、平视、近视吗？能力吗？<laughs> 我不知道。哦啊，高度，我我知道了，他是说，呃、高度的近视，<laughs> 白痴哦、喔。嗯，<laughs> 这样懂了吗？这样懂了没？ 我看到了，白事。<laughs> 白痴哦、喔，三小哦,哦，平视就是他可以，他不用再不用头低低<對>那个，哎、欸，他他那个啦，苏 <laughs> 把一步垫高了，他这样可以平视，<laughs> 不用再低头看那个，<laughs> 白痴哦、喔，确实古人说的没错，确实啊，确实，嗯，哦，东方，我这有鼻水啊，为什么啊？ 上面他们夺冠都流鼻水，是不是？你要感冒了啦，完蛋！冷气太冷了吧？冷气太冷了。今天下午那个冷气直接吹我头，吹到我都不舒服。回来的時候头很痛，完了，人家、嗯、感冒了。又要五 G 传染了，应该应该不至于啦。啊！完蛋了！完蛋了！ 鼻子鼻子鼻子鼻塞了，啊！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哦！我还有这个哎、欸，那个《少年周刊》，周刊少年，看得出来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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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那个、啊、仙灵啊，啊啊灵、啊、哎灵仙呐、啊、灵仙，他房间其实蛮大的、欸，他房间很大、啊，对吧、啊？新竹，嗯，有这么大的房间，还蛮爽的。 不过房间本身就是东西比较少一点了，啊，东西比较少一点，嗯，超干净，对啊，很干净啊，你看，在整整的超级好的，简单又干净，我给一百分 OP。O P，、嗯、这个房间我蛮喜欢的，因为我其实我也不太喜欢房间东西太太多，我睡觉的地方我会喜欢，呃，东西少，然后空旷一点。 然后，如果是我电脑桌，我会希望就是像那个秘密小空间，我会我会比较比较喜欢一点。就是我会希望就是睡觉跟平常在用电脑的地方是分开这样。嗯，对啊，对，就是他，但是他那个洗石子地板就比较比较麻烦一点。好，宜兰搬到台中北屯哦，他说因为宜兰好山好水好无聊，所以他现在就搬到台中北屯那边比较有聊一点。 他说这地方是租的，加管理费一个月要一万八。哦、呃，感谢谢谢我们的威尔森，金牌羽球双打六百六十六七七七七七，而且是第二次啊！哎、欸，你们啊,可是你啊，算了啦，没关系啊，反正爆一爆嘞。好，我到时候去看重播，应该蛮精彩的吧？就是打到很很焦灼嘛，对不对？应该蛮精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播都可以看。 想想到时候去看一看，新闻台就有是不是？新闻台就只有片段呢、哦。我想要从头开始看，因为我自己蛮喜欢打羽球的、啊，之前也是有去打校校内的比赛啊，打那种科系比赛啊，二连霸哎、欸，很不容易哎。你想想看，两次夺金，这是很不容易成就、啊。不过他们是不是最后一次合体了吗？好像之后就之后就没有要继续合体了嘛，对不对？双打最后一次了吧？对、嗯 对啊，艾艾尔达应该会重播。对啊，蛮期待的。玩玩，别得别太得意，何必呢？何必呢？好，他从《最后生还者》一代开始追，然后他这边管理费要一万八，三房两厅哦，看大小，看不太出来大小，因为他只有剖一小部分。啊、一万八哎、欸，一万八三房两厅，然后跟妈妈还有一只流口水的狗住一起，还行。 吧，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啦。台中北屯呢、欸，北屯那边算是比较田龙诶、欸，北台中天龙国的地方了吧，对不对？北屯呢、欸，对吧？嗯、哦，黑米可以重播，好，到时候去看一下。哦，大哦，对啊，但是对啊，就是一万八确实啦，还是有点高。两个人住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高。如果是一家多一点人一起住就还好。啊，这边是怎样？这个是 What 样？哇，一次 i s What is this？啊，你爸妈就在那边附近住啊？为什么会有个牙线棒啊？嗯、哦，模型区。哦，这个不错啦，这个也不错啊。口水狗来这里啊，虽然是啊，下面这空间留给他了啦。哦，很肥哦，肥哦，可爱，可爱，蛮可爱的。哦，啊，还有这一只诶、欸，这个是那个吗？ 这个是哎，是哪一个版本的？这只哎，有点忘了。那是、个、那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百哎，百什么？左右上围吗？有吗？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没有<靠>没有啊、呃，应该还好啦，那个没有没有漏点，应该是还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点应该还好。哦，百兽战队哦。啊、嗯，对对对，好，我们不要不要放大，不要放大好了啊，我们就远观远观，不要谢万啊，远观就好。 啊，这是什么？这上面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這是什麼我这个没看过哎、欸，这个没看过。这个面具有点眼熟，鬼灭之刃吗？还是档案档案的啊？哦、啊，未来档案的角色、哦、啊？哦，落早吗？哦哦哦，对，确实落早那个面具，对，落早确实有那个面具，就那狐狸面具嘛。好。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到底看了几个了？看还有还有那么多个啊！啊对，各位恭喜啊，<贝>到八十还有，哎呀，二十，二十，哦，六十七，<laughs> 怎么可能看得到八十个？<laughs> 救命哦！<laughs> 好了，我们稍微看一看、啊、稍微看一看啦、啊，因为主要大家还说要看那个劝世宝贝啊。 要看下面刚夜有贴那个啊，好，就是那个劝世宝贝。我也想那个什么叫劝世宝贝，他说这是云林的新家，前面是台中租处哦，哦租处。台中新家，这个是新家吗？哎，这不是刚才看过了吗？没有，哥看过，了，看过。了。哎，哥补充的啊，他补充的啦。哦，靠幺，哦，好好好，看过看过。 他说他是永和的观众，平常的生活范围这里吗？哦、啊，为什么他说可怜的永永永和的可怜哭了？Cool. 为什么？为可怜在哪里？我其实看不太出来、啊，这生活空间太小，是不是？啊、还行吧，这生活空间很可怜吗？他还行啊，拉不出来啊，他的范围就这样子而已。我觉得还可以啊，这还这样还行啊。 我不觉得他有多可怜，而且感感觉还还不错啊。还有这个音控盘呢、啊，还可以吧，还可以吧。他的桌子可以买稍微大一点嘛，快东西都快掉下来了。这应该是之前有参加那个活动吧，然后就弄那个可以提着走的<了>、嗯，还不错啊，还不错啊。哎呀，你跟香港的观众比好很多了啦。那香港那观众那个最翘脚都没办法打直，一个月还要花个一万多块。 好很多了啦，好很多了啦，对啊，不错了吧？哎，是不是地震啊？<对>有地震吗？对，嗯、有在晃，有在晃吗？还是我头在晕？<瞧>嗯，我是没感觉。嗯，一点点了没了，微微微的啦，微微的，微微的。哦，我在晕哦，完了，我晕了。 我晕了，我看我是不是感冒啦？完蛋啦、欸！不对，我这是电风扇在吹，所以是你在晕呢、欸啊。我在晕哦，看我感冒了是不是？你要休息，你今天都没，今天不是，我今天都没怎么睡啊，我今天睡眠睡眠不太足啊。啊但是因为答应大家要来看这个，所以我就只睡了一下子，我就跑上来开台了。因为我 <Okay. S 1> 我今天去呃阿妈，哎、欸，不是那个外婆家嘛。 去跟那个帮帮外公过生日嘛，九十哎九九十五岁生日就父父亲节啦，然后我睡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上去我在车上基本上也没什么睡，然后就断断續,续再再睡个半小时，其实真的实际深度睡眠只有半小时，所以两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又再睡了一下，大概就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啊，所以断断今天断断续续基本上都没有睡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是。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半小时，一个半小时这样。啊，对啊，啊，OK，你该修了。对我等下该修了，没完。我们还是一样看，看到那个吧。为什么床会在浴室旁边？高雄皮粉这个房间原本是小时候跟爸妈一起睡了，因为他老了不想爬楼梯，睡一楼之后就变你的房子。然后天花板是因为屋顶的关系哦，夏天会很闷。哦，但是。 这个他有点，你可以為什么？这个这格局好很奇妙哦奇，奇妙，我也觉得蛮奇妙的。这格局真的超级奇妙，但是老房子才有这种格局啊，有一种冲突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嗯，他的他的爱好跟房间的风格配色，真的、啊，哇 <laughs>，就我不该怎么说、欸？诶。 很不很像不在现实，很像在游在,在对在游戏世界，就把它弄成像那个，<对>你不觉得这很像那个用那个 Unreal Engine 做的那个场景吗？对，然后、就是、然后那个图片都是就是另外去找素材要贴上去对、啊，就很像那个虚幻引擎做出来的，然后台湾的那种恐怖游戏，嗯，好冲突，老房子这样。 哦，哦<他>这个是这个是一楼哦，一楼客厅不是啦，楼,楼上啦，楼上，楼上,楼上吗、嗯？顶楼吧，顶楼。可是他房间其实很很大哎、欸，你不要看,看，看他其实房间很大、欸、很大，<对>但是格局有点怪非常非常。然后他说他的房间这些收藏品都快放不下了，你的柜子塞满满的，约会大作战。那你有？你有吗？ 啊，你的那个嘞？啊，你的，哎、欸，怎么只有约会大作战？又是异端，只有约会大作战。因为你知道，现在只要有约会大作战，那基本上就是有游戏人生，已经成为一个定番了。你只要缺一个，就是异端。 好，现在是香港的皮粉大雕啊、哦，香港皮粉，他说他最喜欢马娘，最讨厌也是马娘。<laughs> 他说住在公共房屋，租金便宜很多，然后三房两厅500，五500百尺5000，五千港币。五百尺五千港币，五百尺大概几平？有人可以帮忙换算一下吗？五百尺十十多平吧。 真的很，真的很过分啊！量量你的柜子没那么大，好不好？我原谅你了，嗯，量在你柜子那没有那么大。嗯，那、那、那、那你可以跟刚才那个關观观众两个人收藏合二为一，这样就完美了。完美，对，两个人就完美了。哎、欸，其實他房间算，他房间算大嘞、欸。 十来平，五千港港港币，很千 h k 好吓人哦。五五千就两、啊、万而已啊，上租金两万啊。可是十平，快十平，哎、欸，嗯、十平而已，还行吧？我觉得两万，他房间算很大了嘞。他房间很大，哎。 先不要管这个羽球金牌比较厉害，羚羊配太强了。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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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但是看看不太出来大小了，但看得出来跟刚才那位观众比起来，他的房间比较大一点点、嗯、他房间比较大一些啊。OK，也不错啊，我觉得他收藏也是蛮好的。对，可是公共房屋普遍平数比较大，是不是？哎，不对，那这样子话，这间其实算便宜哎，因为刚才一那个观众。 他的房子是大概一万多嘛，我记得一万多吧，啊对啊，好像一万多。但他一万多，他那间就比较小，所以其实没有便宜到他那间。以平数换算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贵一点点。对啊，他说呃，从国中看到大学的新北皮粉，房间嫌少整理，他的整理就是为了放模型。 旁边的旁边的塔就是空盒哦，想要再放抽风扇啊？你看,看、欸、他很聪明耶，他他那个怕跑进灰尘，直接用那个薄膜。啊！鸡皮疙瘩啊！啊！故意弄乱的吧？看这个我会哦，看哦，故意弄乱来恶心你的。 干不行哦，干是，呃呃，呃，是你是说这个吗？不去啊，这个小 case 啊，这小、個、case，这小 case。哦，我那个谦续是跟着谦续的啊，那个是谦四宝贝等级啊，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个不整理等级啊，不整理等级，他房间对就嗯不行啊，那些你像那些老婆看了会伤心啊,對啊，他以为对，他说他还要戴着防毒面具。 在大太阳底下的阳台喷漆会很痛苦。嗯，可他模他的模型收是真的真的蛮多的。他也怕长灰，他就用这个，这个应该可以到时候去拿那个压克力板吧？要用用压克力板，然后把它那个、啊、弄在这边就好弄个那种开开关嘛，就是那种双开门嘛，这边就定一个那个什么这还是真正的肥宅房哦，你的也差不多乱，他这不止乱吧？ 这个不是只有乱而已吧？对啊，乱我倒是还可以接受，我觉得我接可以，我可以接受乱。对啊。不好意思，恕我失礼，请问这是被上次台风扫到吗？<laughs> 哦，哎、欸，他收藏很多很棒的、欸。我们先撇开地板不说，但他的收藏的东西是真的蛮多蛮棒的东西。对，赞吹。 哦，哎、oh, 欸，他的收藏是真的很特别，就是跟，就就不会都是那个钢弹啊，他是有什么暗黑那个什么黑暗灵魂，黑暗灵，还有那个雅尔特、欸，然后有这个 P，哎、欸，这个是 P 三 P 四，这不是 P 五吧、欸？还有,有防还有 Q 版防火女孩跟那个 Q 版那个、哎、<呀>那个那个什么母什么之母啊，那个太阳太阳女啊，太阳公主哦，太阳公主嘛。 P 五啊，对啊，还有银骑士啊，啊、嗯，哎，哎呦，不不恰恰，不是，那是蛋黄哥，蛋黄哥啦，为啥 <laughs> 是不不恰恰帅哦？他他收藏蛮蛮蛮多，都不错的，都很特别，比较少看到。哦，鸡娘，鸡娘就该也有人有用鸡娘嘛。对，OK，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房间。 真的是挺不错的。然后上面天干，<來>下面地狱。他真的很故意。他，我觉得他，他，他，他真的很故意。就是他还会弄一些那个视角，有没有？对，啊、呃，靠背哦，靠背哦。不是啊，你这间房间我觉得还行啊，就把地板地板整理一下，其实就就 OK 就。这他这个房间没有到很，真的很说多多乱啊。我自己觉得，<你>就是就是这边稍微弄一下就好了。 那其实真的也不是说到不能收拾的程度，这个哎就花个十分钟就收完了吧？对啊，差不多吧，十分钟就还好。你不会在房间吃东西，然后還把那个什么没吃完的东西又放房间、嗯，就地板扫一下就行了。好，下一个也是香港的观众，他说他住旧房子，四五年前阿妈走了，然后全家现在搬过来，卖掉很麻烦，而且满满的回忆，所以现在整栋楼话是四五米高。 主上盖、主、哎、上盖的，不知道怎麼,么矮，四五米高，整栋楼只有四五米，楼下二点五米，说楼一层而已，不是吗？四五米就一层，快两层而已、啊、可是他把它切成一半啊，所以他的房子会比较矮一点点。哦、呃，变成那个楼中楼。嗯，呃，第二层就会稍微偏偏矮一点点。看，其实看看得出来啦，它的高度真的有点矮啊。 就是你可能站起来都要撞到天花板了，对吧、啊？在香港算算算大。他说他说米是指高度，高度不是不是宽度，不是宽度。而且他比个耶耶、yeah，哦，香港这样算高吗？是吗？诶、hey,，嗨，猫、yeah、耶，这是他吗？没有，他在他在对了，这你啦。我以为照片呢、欸，耶、yeah。 哦，那个是近不近、啊。哦，我觉得他房间很大哎，你房间超级大的呢。虽然说矮了一点，但很大哎，对不对？他房间、嗯、以香港的住宅来讲的话，算是非常非常大了吧？他说，他的房间只有女生来的时候才会开 LED 灯，就是气氛，就是让跟,跟、那个、啊，确实啊。嗯 跟他气愤一下，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视角，他躺在床上，哦，可爱，这是什么表情啦、啊？这是什么表情？因为他的手举起来，他很惊恐。哦，他这里面其实比较大，哎，你有发现吗？他躺在床上，这个床的地方这种、个、这样比较大。对啊，有有高高度比较高，呃，稍微高一点。哎，其实不错，还可以弄电视。是他感觉他人也很高，哎，所以他才觉得压迫感很重、啊。对啊，他人本身偏高，啊、他感觉应该一百七、一百一百七十。啊，我知道了。呃。 长度，它的宽呐、啊，那它的长吗？宽，宽不够宽，它长,長它的房它很长，间不够宽。对，房房间长度很很长，但是宽度不够。啊、你没考虑把床转过来吗？这样不是刚好比较搭配你的房间？你的、你的、那个房间格格局不是比较长吗？不然你这样床位太小、欸。对啊，那你要把脚放在老婆身上啊？是吧？ 没有吧？他应该是睡地板 <laughs> 又睡地板那边哭了。<laughs> 他应该睡地板。突然觉得生存在香港不容易啊！香港就我觉得生活形态吧，生活形态的关系啦。所以我那个以前我舅家那个邻居啊，他们才会从香港移民到台湾来啊、嗯。他都说我、哦、这个房子房房子这么便宜，对他来讲，这個、房子就很便宜啊。 那才才几百万，然后可以买买那么大一间，整家人住还可以在里面翻跟斗这样，翻跟斗，真的啊，真的啊！你说这香港人在，你要家在家里面翻翻跟斗，怎么翻？一翻东西就东倒西歪了。也是，对啊。哇，那很多收藏哎、欸，他其他收藏品都蛮都蛮不错的。这是这是谁？这谁？ 这个我记得啊，啊，这个是拉姆嘛？啊，这个、谁？雷姆拉姆，<laughs> 雷姆是谁？<laughs> 哦，一拳超人，谁？哦，也是不错啊，可口可乐罐子，可口可乐罐子也是很不错的收藏。像有人特会都会特别收藏那个特殊、嗯、特殊款的嘛？对啊，哦，他这个电线就他的电线就舒服多了。他他、啊、<它>还有晋级的巨人，对啊，晋级的巨人。 哦，他的书出。那冷气开十六度，要开好开满。他<氣>、啊、怎麼北极熊吹那么多年了，换我吹、啊。每日一运动，每日至少一小时。我要大支啊！这是什么？大支什么？大支佬？大支佬吗？大支的？这是很壮的意思、啊欸、哦。哎呦，哦，很帅哦！哎、欸，他有些东西也是不是蛮帅的？嗯。 不错啊，不错，我觉得这个不错啊，这空间这样规划是蛮好的，因为本身呃高度跟宽度没那么宽，那长度很长嘛，所以它就变成像动线就这样直直走过去，其实动线蛮舒服的，嗯，很好啊，这真的蛮好的。好，台中到屏东读书，哎，怎么？该屏东到台中啊？台中到屏东，反过来，还有一个台北去台中，<对>一个台中去台北，对，我看一下。 他、啊、为什么会有四姨？<laughs> 四姨年历是学长送的、喔。哦，他说他毕业了，送给他当鉴别礼，可吧？可吧？他已经那个了哈、喔，用已经从一月到十二月都已经用过了。嗯，啥谁求分享？谁？你说谁？四姨啊、喔？贝利梅啊？贝利梅？贝利梅不认识？不可能吧？ 哦、啊，现在放现在放国旗歌了，是不是？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承。对哦，对哦，对哦，赞啦，赞啦！哎呦，你这东西，我大家，我大，我大家一定要去看重播，我大家一定要去看重播，不看真的不行。好、啊，哦，所以那个算是应该是学校宿舍，是不是？嗯。他说从 GTA 跟 g a r y s Mod 开始看哦，一直主推都是老大，希望可以再战十年。所以哦。 还有绿股，还有绿股是用文化币买的，这个哦，我印的角色，屏幕下面是什么？不要啦，不要，不要放太大了。好，我们开了六十七哦，啊，后后面还有吗？没了吧？后面还有吗说到你今天说了八十，哥，怎么可能到八十？不可能啊！我然要第留到后面去，留到以后了，留到下一届吧，嗯、好不好？ 留到下一届啊，不可能啊，这个不可能啊。好，留到下一届，你就看你后面要不要最后再补那个劝世。我们看到六十九个，好不好？看到六九，我们六十八，然后加劝世宝贝，可以吧？因为我真的蛮好奇劝世宝贝到底到底有多劝世。好、啊、，OK 吧？我们就凑，我们我们凑六十九啊。如果这是没看到的，没关系，我们下次我们下个月有机会再再弄吧。我们不要一个月塞那么多个，真的会扛不住。我我我发现做这个节目啊。 其实要一直讲话，我嘴巴超级超级累的，我现在口干舌燥，我还没有时间喝水，对啊。这防撞网不是还有影音哦，<laughs> 那确实世界末日哦，真的假的啦？OK，然后这个是来自彰化的女皮粉，然后因为家人有囤积症，公共区域脏乱容易有小强，所以个人吃喝的洗澡用品通通放到自己房间。 房间四点五平，然后住了二十多年了、喔。本来是一楼小工厂改建的，所以天花板这个东西你看得出来，就是它不是一般住家嘛，是呃小工厂、嗯、那个轻钢架、嗯。对对对对。然后呃墙壁也是他帮他妈妈帮当年要贴什么半面贴瓷砖，因为怕防潮，因为这种瓷砖比较防潮了，不会墙壁有壁癌嘛，对啊。 等下我看到什么？他什么身法盔什么东西？身法盔？啊？他床上床上的头盔是哦这个吗？这个？哦白色那个？这个床上头盔是身法帽，因为之前觉得头发越掉越多，所以我以防万一戴一顶来保养。哎、哦哦欸，这有用吗？ 我以为他是睡觉的时候带着，因为他后面的卫生纸会垮下来的感觉。呃，如果地震，但是这个看得出来就是女生的房间。嗯，嗯我绝对可以看得出来是女生的房间。<laughs> 这就是典型女生的房间，为什么这么瓶瓶罐罐嘛？然后让這,这些，不过他的房间虽然东西多，但我觉得不到乱啊。有分有分对，是有分。對看起来還算 O 还不错啊，算 OK 啊，还算 OK 啊。对啊，對啊还可以吧？我觉得这还可以吧，不到乱吧？ 因为乱的话会，这就是像刚才那个算算，算主要是算算算整齐啊，你觉得乱哦？那你的你看他,他东西没有把衣服放床上之类的、啊，哎，这边我觉得、啊、这边我觉得乱啊，但是其实你看这书啊这些东西都整都都很整齐啊，只有这边乱一点点而已啊。那这个乱也不是说乱丢，是分分堆啦，它其实一堆一堆的啊。我看它就缺什么你知道？缺一个那个收纳架，缺柜子，缺收纳架。嗯 收起来就，他他我们讲的乱是完全杂乱无度那种才叫乱，像盖那个盖、那個、那个，对啊，那个地地板 <laughs> 就说他没有在整理啊，<laughs> 那个我觉得就是缺个就只是缺个、嗯、缺个收纳架、收纳箱这样子。对，还有，我一直流鼻水，完蛋了，怎么办？喉咙会痛啊？不会，但是一直流鼻水。 那你我觉得你赶快等下洗完澡休息了。<laughs> 对啊，我觉得赶快洗完澡休息了。对，好看一下啊，他电脑桌我觉得你看，其实光看电脑桌都知道啦。他像电脑桌这样，其实都是还蛮整齐的。哎、欸，这个桌子也是、啊、应该是 IKEA 还是特例屋买的吧？因为我们好像之前工作室也有一个，只是没有带抽屉的版本。嗯、呃，对，一千多块吧，我记得。我工对啊，工作室是、這個、只是改是没有抽屉了。对啊，没抽屉的呀。 哦，还有包包很多哦，哦，吹风机什么的，嗯，还行啊，我觉得还可以啦，因为它主要是它还有那个墙壁上有那个小小挂架，哪里？小挂架在哪里？他说啊，这边这个吗？上面可以放一堆零食這樣。嗯。五十二个月提条香肠，<上>好吃又健康，来收藏烫烫长长大香肠，来尝尝瓜张鲜香的香肠。<laughs> <laughs> 好啦，下次有机会弄香肠给你了，好吧？那下次啦。哪一个、啊？我我没看到他说他那个书柜桌角哎、欸，没看到。然后他说门房上挂的娃娃是以前神之领域的怪物，叫比比白猴啊、哎。我这我知道，神之领域有玩打加一啊，这只应该有有玩的，应该知道吧？神之领域哦，他是说那个啦。 办公的那个铁桌啦，办公啊，这个吗？啊，办公铁桌东西，之前他那个里面东西掉下来的书太多，对啊，你这边这个，你想想看，正常来讲，人家只有一层吧，你这上面铁桌上面挂了一层、两层、三层,三层，这一格大概有没有有没有个三公斤、五公斤？三公斤总有吧？那是书哎、欸，那怎么可能三公斤、五公斤呢、啊？ 五公斤，好不好？五公斤，我说一一，一至少我说一格一格一格，一格对啊，一格至少超过五，一格有超过五公斤，没那么多吧？书那个是都是厚的书，很重哎、欸。那最少那一格就十公斤呢。啊，十公斤、二十公斤、三十公斤、十公斤、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一、一百。这个应该这两个应该没有了、啊。好，我们就抓抓一百一嘛。这确实是有点太多了，<重>这确实是有点太多。 不过还行啊，我觉得他整理的是算是蛮 OK 的，对啊，算算算还可以啦，井然有序的，OK，还不错，还不错。好，那最后一个好了，我们加码看到七十个了，好不好？我们加码看到七十个了啊，然后这个是板桥皮粉，板桥皮粉他说乌龄超过四十年，然后十五年前有重新装潢，它是斜杠美甲师哦，所以它的桌子旁边会有一些美甲用品。 还、啊、是斜杠的美甲师哦、啊，这个这个吗？斜杠美甲师？哦，应该是、欸、应该是女观众吧？女观众有，我是好像还没有看过男生做美甲师，还是说有男性美甲？有现在很多在、啊，真的假的？嗯，有吗？男生男生做美甲，男生做美容保养都有很多，哦、现在很多。哦，那那就啊，这个猫猫很可爱，猫猫猫蛮可爱的。 所以它这个是，其实装潢看起来不，嗯，不太像超过四十年的房子、欸。我觉得还还就是老屋重新翻修拉皮还是有差啦。这个翻修拉皮也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有整理有保养。对啊，油漆<就>弄一弄其實，房子都看了，对，心情就好很多。确、嗯、实真的心情好很多。对啊，这就是美甲用品嗯，也是不错啊。这个也是個。那、啊、你冰霸杯的盖子嘞？对啊，冰霸杯盖子呢？冰霸杯盖子跑进来。 好啊，然后剩下看不完的，我们就呃到时候再看。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劝世宝贝，好不好？各柜下面，最下面哪一个？那各下面三有贴那个链接。看，好像有点不太想点进去。你们真的要看吗？我我劝各位想想，先先想清楚哦。你们真的要看吗？睡睡觉前要看这种东西，劝世哦。 哦哦哦哦哦哦 o k、哦、OK OK，啊好，他的劝世不是乐色场，我刚才吓到，我刚才心理建设是说，干会不会有那种卫生习惯超级差的，把家里面当乐当乐色场在弄的？但他不是，嗯，我先讲，呃，第一个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你的东西像什么插头干嘛的，就是要弄嘛，对不对？啊、嗯，然后他这是真的劝世，就是。 我跟大家说，插头啥的、哦、要自己注意。哎、<呦>他就说他是三重观众，他说第一张、第二张就是他当时用电热毯的时候。你先想想，他就上他前面的房间让你看了什么东西，嗯、你认真觉得不需要劝是吗？哎哎哎,哎你的怎么突然没声音？什么我我的怎样？没没声音？哎，实况突然没有声音，我说然没声音。 没有啊，没有，因为刚因为刚刚有人在那个啊，刚有人在订阅啊，但是小小七点了？前面确实对啊，所以你看哦，就是呃，第一张、第二张这边就是说，他当初就是使用电热毯，没有拔插头，没有关闭电源，然后他下班之后呢，回来就看到他的房间变这个样子了，哦，最后只能请消防队帮脑子有问题的你，然后来处理这个东西。他说呃。 第二张照片是他的房间，大概约三点五平啊。有时候房间很空，他讨厌房间东西叮叮咚,咚咚的东西太多。对，所以就是各位啊，好不好？你那个插头插座啊，能不要放床上就不要放床上，好不好？他已经用身体力行告诉你了，就是易燃物干嘛的电器放床上非常危险。哈、啊，见四宝贝啊，然后他有弄一下。 其他的这个，我们还是把它看一下，它其他部分哦、呃。还有，这是你原本的房间样子吗？嗯，应该是是吗？不是啊，<啦>不是啊，房间<不>是吗？对啊，不是吧？是啊，对啊，对啊。哦，原原本是这样子，原本长那样啊，对啊。那、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突然变黄了？怎么怎么突然变黄？哦、啊，冷气机换过烟熏的哦，烟熏、啊、的啊，对啊，着、啊啊、火烟熏呢。 哦，所以后面这个是重新弄过了啦，这样柜子也换掉。人家是原本的吧？原本吗？原本长这样啊？原本应该是烧过变这个样子，然后它重新燒、啊、重新燒因为地板也换啦、啊，了地板也换过啦。就这个东西它，它它的地板也换过啦，你看有没有？对啊，所以这個、对啊，所以这应该是他重新弄过了啦，床也换了嘛？吗？床也不一样。 翻新，床都不一样，床头柜都不一样了，哦，换过了，换过了，OK。他说门口还有根棍子。 他说：“这根有有一根棍棍子是用来去挡长辈用的，因为他怕有些私人的时候，长辈要硬要闯进来，他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就拿那个棍子去把长辈挡在门外面。哦”喇叭锁十块钱可以开吧？我在想，有可能十块钱开门，刚好他在忙吧，就被看到。<laughs> 然後有一个棍子。 把那个挡起来，这样就是。那你可以跟准备玩一二三木头人啊！<laughs> 啊，开门的时候你就突然就不要动就了，就 <laughs> 木头人。嗯，<笑><笑>然后他说：“他说我给他自己看好了，看我觉得太好笑了，我觉得太好笑。”他他是你看。 他说：“备注，哇塞，各位的房间都好精彩，我的感，我的房，我感觉我的房间貌似单调很无聊，干，你房间都长这个样子了，单调很无聊啊，你也太谦虚了吧。<laughs> ”好了，苦中作乐了，苦中作乐，还好真的是只有床这边烧起来，啊、这个损失嗯十万内吧，我觉得差不多吧，这损失十万内吧。 就是自己的房子还是自己，应该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子了，自己的房子，对吧？损失应该十万内，我觉得已经算是不幸中大幸。就是还有火没有卖因他他天花板，他天花板是木造的吗？还是什么？对，呃，不是天不天跳板是那个，对，这是收编而已，所以这个是不幸中大幸的啦。对啊，装潢二三十哦，翻新可能加一加要啦，但是就是。 我真的觉得不幸中大幸的，整个房子就这样子而已。我真的觉得就是学个教训，以后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很 lucky 了，真的很 lucky，还好有发现，真的很 lucky。你把这个你把这个定选起来，然后给那些投稿那个投稿，然后被你说过延长线放床上的人，給,给他标记们啊，自己注意啊，标记他们，真的真的真的已经跟你讲了啊。可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 哦，这个应该是那个了，对啊，这应该是重新弄过。哎、欸，是是盖那间吗？不同吧，不同间吧？啊，对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是刚才另外一个。我想说怎么差点就有皮粉被人间排泄了？不, <laughs>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安全第一啦，安全第一。OK，啊，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是发生什么事了？还是啊，之前之前说那个脚踝韧带那个嘛，对不对？ 哎，之前好像他他有说他的脚踝怎样？台湾用不到电热毯，我认为。对啊，啊我也我也觉得。今年寒流，今年的寒流不是超冷吗？啊，超冷，你棉被多盖几件就好了啦。啊嗯、冷到会冷到寒风。哎，棉被多盖几件，羽绒被啊，干嘛的？总比电热毯好啊，对不对？北部超级冷，好不好？嗯，好啦，冷到不行，我一直流鼻水，我要打喷嚏了。 好了，那我们各位今天就先从到这边了啊。然后我们这个粉丝房间鉴赏大会啊，第一届先到这边告个段落。然后这次没看完的，会把它挪到第二届。下个月。小失恋好难过，但看了皮皮台好多了，果然皮皮才是真爱。<laughs> 老大，谢谢你，我爱你。Bible Sam，<laughs> 不会啦，不会啦，就。 嗯，陪陪大家嘛，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陪陪大家，开开心心，好不好？OK，好，那这边啊、哦，就是大家自己还是注意一下安全啊。我觉得电器啊，延长线，我觉得看完这个我们就学到很多东西，学到房间沙发麻烦不要拿来给我放一些衣服，<laughs> 那不是衣柜。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买游戏人生，哦，拜托你把约会大作战也买一买。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 上面那个延长线啊什么的，不要这边卷来卷去，啊、嗯，那你那尽量要远离远离那棉絮啊、床啊、布料这种东西，对吧？还有一些那个、嗯、呃自己装潢的格局，所以如果你我我觉得这这个应该是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认为修改就是他老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应该是老房子，老房子修改我个人最喜欢的，也就是。 这几天下来，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一个装潢是这个，啊，这个，这个，我们来鉴赏一下。我自己自我我我我自己推的第一名啊，啊，这是我自己，呃，因为还有一些没看到嘛，但是这是我自己推的第一名，就是他的房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呃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把它弄得很舒服，就非常非常舒服，嗯。 不是女装大佬的部分，他虽然是女装大佬，但我们重点是房间装饰，看你们不要重点都在女装大佬好不好？那很烦呢、欸，就是他的房间是我觉得以这个价格，你如果说自己有想要装修的话，其实这样弄是真的还蛮不错，而且配色其实很好看啊，像实木的嘛，像这个这个桌子的颜色，还有墙面的颜色。 还有加上这个绿背，这个应该是假假植物吧？这个應該不是真的吧？这個、应该不是真的吧？对啊，看起来是真的。黄金葛还九重葛。嗯、房间一定要买鲨鱼。房间一定要买鲨鱼。哎、欸，木林，对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啊、呃、男男观众啊，高高雄的男观众的房间、啊、也是也也是不错啦，嗯，对，也是不错。我觉得他这个他这样的这样衣衣架设计其实设计的很好、欸，哎。 我我没有我我们先不要管，不是我们先不要管上面这些衣服，我就说，就是你看它的衣架虽然是开放式衣架，他们虽然是开放式衣架，可是它这样子放的，你不会觉得说杂乱，你懂我意思吗？就你不会觉得杂乱，我觉得这样子设计其实蛮不错，而且拿取也方便啊，也也也也不会乱，像收纳其实收纳的很好，对吧？很好找衣服嘛，但也不会乱呢、啊。其实它它它也不太会乱。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真的感,感觉像店面呢，对，就很像店面啊。我觉得好像店面哦、喔，他弄得很好，精品店，他应该是有去参考那个吧？有，我觉得應該有应该有参考一些那种，嗯、对啊，很不错哎，很非常非常不错啊，很有格调。对啊，真正女生的衣柜不会长这个样子，所以 <laughs> 他是男生啊。穆林要投稿吗？<laughs> <laughs> 我们来比对一下，好不好？啊、嗯。 哈哈哈，<laughs>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些参考，应该参考蛮多的。好啦，那就先这样啦，各位啊，晚安晚安啊，晚安晚安。女生衣柜放得下有鬼哦，搞不好有别的衣柜嘛。好啦，大家晚安，拜拜，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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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感谢啦，辛苦了辛苦了，对。